第一百六十一章，谁坑谁？这件大漏是一件宋代的汝窑花瓶，时隔千年没有任何损坏，除了有些陈旧，所有细节没有丢失。能不能让熊志文赢下这场比试，就看能不能拍下这件花瓶了。也不知道是不是熊志文运气衰，还是耿通本事太大了。谭向阳也看上了这花瓶，耿通告诉谭向阳，这件花瓶看样子应该是宋朝的官窑所出，而且是送给皇上的贡品，每一件都是孤品，再加上保存的成色如此完美，那价值必定非常之高。 谭向阳二话没说，直接喊价。熊志文有些头疼，要是这花瓶被谭向阳给抢走了，除非陈默肯暴露那幅画的秘密，否则这场比试是不可能赢了。陈先生怎么办？熊志文低声问道。陈默想了下，开口道：“我来吧，在他们眼里，我就是个热血上头的败家子而已。如果你上，肯定会被针对的。”熊志文点点头。其实陈默知道这花瓶的价格大概在多少，所以敢喊价。上一世。 这个花瓶最终的价格被卖到了大概两千五百万。如果谭向阳真要铁了心跟他抢，那么他就把价格往两千五百万那里抬。反正最后比的是利润，所以陈默微微一笑，吊儿郎当的举起号码，也开始喊价格，一路水涨船高，从底价的五百万一路涨到了七百九十万。耿通在一旁提醒道：“这件花瓶的价格差不多一千多万吧？太高的话买回来就不合适了。”“好的，耿先生，我明白了。”谭向阳点点头，然后眼珠子溜溜一转，笑道。 看到那边那个小年轻了吗？那就是个屁也不懂、热血上脑的败家子。二世祖，我跟熊志文的比试，最终比的是利润。我觉得可以靠这次机会狠狠地坑他一把。耿通也戏谑的笑着道：“谭先生，高高啊，一千万。”谭向阳直接喊了一个自认为非常高的价格，并且对沉默道：“大侄子，不好意思啊，这花瓶输掉了，你呀，趁早歇着吧。”沉默一愣，上一世这个花瓶在拍卖会上拍出的价格，最终也就是九百万而已。也就是说，上一世。 谭向阳和耿通绝对不认为这个花瓶会值一千万。那么，为什么他现在会喊一千万，还要对自己说这种话呢？电光火石之间，沉默就明白了，好吗？这家伙是在刺激自己，想抬价，让自己做冤大头啊！沉默撸起袖子，二话没说，直接喊道：“一千零五十万，叔，抱歉了，这花瓶是我先看上的，咱们谁有实力谁拿。”一千一百万，谭向阳再次喊价，并不屑的看向了沉默。此时已经没有几个跟着喊价的人了，到了这么高的价位。 已经超过花瓶的真实价值，再喊下去怕是要吃亏。敢继续喊的都是不差钱的。陈默一拍大腿，冷哼道：“我还真就不信了，不就是比钱多吗？有什么好牛的？一千二百万，一千四百万。”谭向阳毫不犹豫地再次举牌。陈默疼的一下子站了起来，冲着谭向阳嚷嚷起来：“你什么意思？较劲是吧？”谭向阳一脸惊讶地看向了愤怒的陈默，道：“大侄子，你这叫什么话？我怎么就跟你较劲了？本来这就是价高者得，我有钱，我还不能喊价了？这拍卖会。” 难不成是你家开的吗？还是说你已经没钱了？沉默一愣，随后满脸通红。谁谁说我没钱了？一千四百五十万。谭向阳觉得差不多了，再抬下去很可能把自己搭进去，所以一咬牙，笑眯眯的举起手里的号码牌。一千五百万，大侄子，你要跟我较劲，你还太嫩。你说我耍钱的时候，你还在裤裆里玩尿泥呢。此言一出，原本想喊价的那些人全都不吭声了，默默的把手里的号码牌放下了。这动静，傻子都明白是咋回事了。 有这俩败家子在这耍钱斗气，他们要是跟上，很可能把自己搭进去。万的价格已经超出花瓶的价格了，谁买谁傻。沉默一摔手中的号码牌，怒吼道：“一千五百五十万，来来来，继续跟上啊！谁怂谁孙。这样子，活脱脱把一个败家子的形象演绎得淋漓尽致。熊志文上来直接把沉默按住了，怒吼道：“老子哪来的那么多钱？不算，他喊的价不算。”而谭向阳却阴险地笑着道：“老熊，这可是省府主办的拍卖会，你确定要耍赖吗？” 此言一出，省府的一群领导都看向了熊志文。熊志文脸憋得通红，只能尴尬地笑着道：“我我刚刚只是说着玩的。那什么，老谭，该你喊价了。这架势明显是想让谭向阳接盘。耿通刚才都说了，这件花瓶最多也就值一千万而已，现在都喊到一千五百五十万了，已经贵很多了。他谭向阳要是再继续喊价，那不真成傻子了？哈哈，我可用不起那么贵的花瓶。大侄子，既然你这么喜欢这花瓶，当初的我也不能欺负小辈，就让给你了。” 眼见谭向阳不加价了，陈默似乎明白了什么，火急火燎，抓耳挠腮的指着他喊道：“谁怂谁孙，不是跟我比耍钱吗？来啊，继续啊，别走啊！”他表现得越是急躁，谭向阳的笑容就越是灿烂。谭向阳舒服的躺在座椅上，一脸满足。熊志文毁就毁在这种败家子手里了，哈哈。耿通则一脸讥讽道：“一千五百五十万买这样一件花瓶，我只能说熊家可真是有钱烧的。所以说啊，现在的年轻人啊，太不成熟，想问题啊，太简单。” 都不带过脑子的，热血一上头，啥事儿都干得出来。谭向阳笑着道：“省府领导都失望的看向了熊志文，摇了摇头，甚至连熊一飞都粉拳狂捶沉默。败家子，啊、你个死败家子，这次亏大了！我说怎么就遇上你这么个极品呢？一千五百五十万一次，一千五百五十万两次，一千五百五十万三次，成交！主持人见无人跟价，便宣布一千五百五十万成交。在宣布成交的那一瞬间，沉默抬起头来，只不过与先前那种急躁相比。” 此刻他脸上满是得意的笑容。第一百六十二章两千六百万的花瓶。这份笑容让谭向阳一愣，心里顿时有一种不祥的预感。谭叔，我本以为你能有什么真本事，但我没想到，我就是顺着你演了一场戏而已。就这么点手段，就把你骗得团团转了。你这把老骨头，我看也是活到狗身上去了。陈默哈哈大笑道。谭向阳看着他，再看看一脸轻松的熊志文，猛地反应过来，脸色迅速下沉。你俩刚刚在演我，这波叫我预判了你的预判。 沉默一副小人得志的样子，把谭向阳给气得要死。刚刚为了保险起见，他还咬着牙又抬了两次价，谁能想到居然还是被这个小辈给耍了？谭先生不用生气，这花瓶最高也就值一千万而已，他们买回去就亏到姥姥家了，这才是真正的笑话。听到旁边耿通的话，谭向阳这才反应过来，立刻恢复了之前的样子，冷笑道：“耿先生说的是，这俩人就是神经病，为了耍我一下，甘愿花这么多冤枉钱，当真是人傻钱多。”紧接着，谭向阳对熊志文道：“来吧。” 老兄，领导都在这儿呢，咱们清算一下战果吧。谭向阳迫不及待地想看熊志文在省府领导面前出糗了。来就来，今天有陈先生助我，就是再来十个梗通也是白给。熊志文道。谭向阳意外地看向了陈默，原本他以为陈默应该是跟熊一飞一样是熊家小辈，而在拍卖时，陈默也确实表现出一副小辈的样子。可现在听熊志文的意思，两人的关系似乎并非如此。陈默淡笑道：“不怕跟二位说，我所挑选的这几件东西，随随便便一件加起来。” 都比你们买的那些垃圾的利润高。好,好,好，好，好！谭向阳连说了三声好，咬牙切齿道：“省府领导都在这儿呢，敢不敢在领导们面前一起清算一下？有何不敢？今天就让你见识见识什么叫真正的大师。”熊志文朗声道，显得十分胸有成竹。只是坐下之后，他偷偷掏出纸巾擦了擦额头的汗，他的全身都已经被汗给浸透了。陈先生，我这牛可都吹出去了，一会儿可千万别让我在领导面前丢人啊！熊一飞一脸无语，好吗？感情老叔你刚刚的威风全是装出来的？ 沉默笑道：“熊先生，放心吧，这些物品都是我精心推算过的，绝对不会出错。”有了这句话，熊志文才稍稍松了口气。只是熊一飞依然不相信沉默。过会儿老叔肯定要被这个神棍坑死了。哎，耿通可是他师爷，真正的专业人士，怎么可能看走眼？一个神棍，一个是考古专家，哪个更靠谱？傻子都知道啊。很快，双方在省府领导的见证下开始清算了。谭先生这边一共有六件古董，总利润为八百五十万。哇！ 周围看热闹的群众掀起了一片哗然声。万啊！这些钱莫说是两千年了，哪怕是二零二一年，对大多数人而言都是一笔天文数字。向阳，不错嘛，一场拍卖会就让你捡了八百五十万的漏。以后你干脆辞职，专业捡漏去算了，早晚让你捡成世界首富。哈哈哈！领导您过奖了。其实啊，老熊在这块儿比我更厉害。哦，是吗？当然了，老熊。来来来，你请来的那位高手不是说随便一件都比我这些加起来的利润高吗？那你就随便拿两件出来，给各位领导瞅瞅呗。 就刚刚那个大花瓶，不是还没鉴定吗？赶紧的，让专家团给你鉴定鉴定吧。沉默淡定道：“没问题。”专家团经过鉴定后宣布道：“这件瓷器是宋代官窑进贡给皇上的贡品，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建议市场价为一千万。” <laughs> 鉴定结果一出，谭向阳顿时嘲讽的笑了起来：“我说老熊啊，一千五百五十万买了个一千万的花瓶，你还说摆了我一道，我也不知道我到底哪里被摆了。<laughs> ”熊志文脸色难看到了极点，疑惑的看向了沉默。 似乎是在质问他。沉默淡定道：“各位专家，你们再仔细看看这位先生，你有什么见解，不妨说出来听听。”当下，其中一位姓王的专家不悦的道：“我的这个花瓶绝对不止一千万。”沉默笃定道：“哦，你的意思是我们专家团走眼了？年轻人说大话不怕闪了舌头，不要亏了就怪专家鉴定不行，要多从自己身上找找原因。”专家们纷纷不客气的指责道。沉默淡定的走到了专家团身旁，将花瓶翻了过来，果然和上一世一样。 这花瓶的瓶底处有一点细如发丝一般的胶质物品，有刀片吗？沉默问道。王专家心中一动，似乎也意识到了什么，赶紧道：“快快给他刀片！”工作人员递给了沉默一个刀片。沉默拿着刀片，轻轻在瓶底部轻轻划出了一张薄如蝉翼的胶质状物来，并将其揭下。只见瓶底赫然出现了一个红色印记。这是王专家顿时激动的疼的一下子站了起来，仔细观摩起那瓶底的印记来，紧接着惊呼道：“这是宋徽宗召集的印记！这瓶子是宋徽宗亲手烧出来的孤品！” 这在常人全都大吃一惊。宋徽宗的印记太有名了，几乎来这里的人都知道，那堪称甚有特点，像一个天字，但是这天字的第一笔又和下面的有一段距离，其意为天下一人，尤其是签名，喜作花押，据说是天下一人的略笔，也有认为是天水之意。王专家翻来覆去的看了好几遍，这才微微颤抖着将手中的花瓶还给陈默，叹道：“小兄弟眼光独到，观察入微，老夫自愧不如，自愧不如啊。”陈默笑道：“王老您不用谦虚。” 只是瓶底比较难观察罢了。王专家笑着摇摇头，顿了顿又道：“宋徽宗在历史上留有的瓷器作品少之又少，这个花瓶保守估计要值两千六百万。”第一百六十三章《献王黄金猫宋子天王图》两千六百万，我的妈呀，这是天价呀！一件就顶谭向阳那边所有东西加起来再翻一番的利润啊！这年轻人谁啊？专家都没看出来，他居然看出来了，好厉害啊！现场一片惊叹声，而那一边谭向阳的双眼几乎喷出火焰来了。 他以为价值一千万的花瓶，一眨眼变成了两千六百万。王专家，你确定这玩意能值两千六百万？你没看走眼吧？谭向阳忍不住开口质问道。两千六百万只是拍卖底价，如果宣传得当，遇到喜欢宋徽宗的收藏家了，卖到三千万以上，估计也不成问题。王专家道。这谭向阳面色惨白的倒退了几步。然而还没等谭向阳反应过来，沉默又将那尊不起眼的铁猫端到了王专家的面前。王专家，这个，请您再长长眼呗。有了上次的经验。 王专家等人不敢再马虎，戴上老花镜，拿起放大镜，仔仔细细的观察了起来。观察许久后，王专家等人面面相觑，谁也看不出这铁猫有啥不对的地方。啊、嗯，这位先生，恕我老眼昏花，这不就是一尊铁猫吗？这里面有什么玄机吗？你找人把这铁猫外表层先用工具刮，再放在火上烤半小时。王专家二话不说，马上让人去照办。现场几乎大部分人都好奇的跑过来围观了。随着烈火的烤制，铁猫外表层的黑铁层，还有一些像是沥青一样的物质。 完全剥离了下来，一只全身散发着耀眼的金光、璀璨到无与伦比的黄金猫出现在了众人的面前。黄金猫身体上篆刻着密密麻麻的纹理，有人、有兽，还有一只大眼睛，以及无数的虫子。诡异的纹理随着灯光的照射，显得近乎妖艳的美丽。这这是什么？好漂亮的黄金猫啊！这纹理好诡异啊！怎么感觉像在看一场恐怖的祭祀？那上面的虫子雕刻的好逼真啊，密密麻麻的，我密集恐惧症都要犯了。谭向阳也看出来，这绝对是一件宝物。 扭头看向耿通，耿通脸色有些不自在，却还是不得不解释道：“这东西应该是出自神秘的滇国献王。滇国献王传说，献王是一名信奉邪神的人，为了避乱离开了古滇国。他们扶老邪又迁移到一处虫谷，并传下了不少邪术、蛊虫文化。史书上对于这位献王的记载不过只言片语，语焉不详。我对他了解也只有这么多。”众人闻言，全都一副长姿势的样子。王专家此时一脸呼吸急促、难以自持的样子，激动的道：“陈先生，你……” 您等我一下，求求您一定要等我一下，我的老师最近就在研究古滇国的文化，我想让他来帮您鉴定一下，没问题。沉默点点头。很快，一位满头华发的老人火急火燎的赶了过来。程大师，现场所有专家还有古玩界的泰斗全都站了起来向其问好，可见其地位。黄金猫在哪？快让我看看！老人哪里还管得了这些繁文缛节，着急上火的问道。这是程万里程大师，考古界的泰山北斗，也是目前国家博物馆的名誉顾问。耿通说完。 急忙上前打招呼道：“程大师，小哥你也在这儿啊？哎，我现在没工夫跟你唠嗑。黄金猫呢？在哪儿呢？在这儿呢。”沉默淡淡道。看到沉默，程万里先是一愣，然后惊呼道：“陈先生，是你！”王专家懵逼道：“程大师，您认识这位先生？”哈哈，当然认识了。这位先生就是当初捡了沈万三聚宝盆的漏，用一块钱博出两千万的那位高人。”程万里道：“沈万三的聚宝盆？我去，据说之前有港城的大老板出两个亿想买，都没能如愿。等等，我好像听说这个人……对了。” 他是京市一战的胜利者，沉默，沉默，那个新晋江北首富、金融画事人，怎么这么年轻啊？比我儿子还年轻啊！现场来者有不少上流圈层的大佬，一瞬间就认出了沉默。紧接着又是一声声的惊叹与震惊声接连不断。沉默可没管那么多，直接开口问道：“程老，这猫你觉得能值多少钱？此猫对于研究现王文化以及古滇国文化具有无可估量的意义，在我心中它是无价之宝。但若是非要给它定个市场价的话，我觉得四千万吧。” 陈万里婆娑着黄金猫，宛如婆娑自己大宝贝孙子似的，眼中满是爱怜。才四千万啊！沉默一副很不满意的样子，摇头晃脑道：“我还以为能值个百亿呢。”这话让周围的人都很想揍死他。这铁猫你就只花了不到五十万啊，现在直接涨了八十倍，居然还嫌少！熊志文此刻终于挺直了腰板，走到谭向阳面前，哈哈笑道：“老谭，你买的宝贝要别刮一刮，烤一烤，说不定能出啥值钱的玩意呢。”谭向阳气得想吐血。 他买的物件，要么是翡翠制品，要么是字画，刮一刮，烤一烤，那还能剩下个屁啊！谭向阳现在气得脸都绿了，本以为有一位前博物馆馆长帮忙就赢定了，现在呢，脸都丢光了。然而现场领导都在呢，谭向阳又不能撂脸子直接走，只能憋屈的站在原地，看着领导们夸奖熊志文。熊先生，你之前不是说想把这尊黄金猫捐给国家吗？沉默提醒道。熊志文闻言，先是一愣，然后赶紧道：“对哦，对对对，各位领导。” 我想把这尊黄金猫捐献给国家，用于研究古滇国文化与献王文化。希望领导们能够给我做个见证。省府的领导们纷纷满意的点头夸奖，很是满意，甚至还主动叫熊志文来镜头前一起合照。谭向阳的心凉得透透的，看这架势，恐怕之后的晋升资格他也不用跟熊志文争了。沉默淡淡的笑了笑，他手里还有一件最值钱的宝贝，没敢露出来呢。这件宝贝，他是要拿来用于实施他的计划用的。拍卖会结束后，谭向阳阴沉着脸。 咬牙切齿地瞪着耿通：“你怎么回事？那么多大漏，怎么全让他捡了？”耿通一脸苦涩：“他也不想啊，可是他又没透视眼，鬼知道铁猫里面会有黄金，鬼知道花瓶下面还另有乾坤啊！”另一边，熊志文春风满面地回到陈默身边，道：“陈先生，谢谢你啊，这次你可帮了我的大忙了。刚刚省府的领导们跟我聊了很久，我升职的事儿应该是稳了。”熊一飞忍不住问道：“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我不是说了吗？我会周易八卦，能推算未来。”陈默笑着道：“周易八卦。” 真的有那么神奇吗？熊一飞此刻价值观在剧烈的变化。周易八卦可解决世间一切问题，我只是粗通皮毛而已。若是大成，什么烦恼我都可以帮你解决。陈默随口忽悠道：“切，你知道我有什么烦恼吗？”熊一飞哼唧了一声：“不就是想从小熊变成大熊吗？这个不用周易八卦，你吃木瓜就能解决。打死你，打死你，变态！”回去的路上，熊志文好奇的问道：“对了，陈先生，你那幅画到底有什么玄机？”这个不好说，得先确定有没有买对，才知道价值。 沉默道：“熊志文没再问下去。以他的阅历，自然看得出沉默没有说实话。不过人家不想说，他当然不会不识趣的继续追问。沉默不说那幅画的真实价值，也是有原因的，因为价值实在太高了。耿通曾经说过，真迹《宋子天王图》乃是无价之宝，这个评价相当准确。沉默买的这幅齐大师临摹的画，表面上看确实是临摹的，但实际上另有乾坤。”第一百六十四章，骗子滚出去！懂国画的人都知道。 宣纸分为生宣、熟宣、半熟宣三种，又有家宣、二层、三层之分。若将家宣沁水，慢慢分开，能将一张宣纸一分为三。这幅画的第一层是齐大师临摹的，而第二层和第三层却是宋子天王图的真迹。这是因为齐大师所处的年代比较动荡，他怕画被人抢走或者被毁掉，糟蹋了这国宝，故采用了这种方式来保存。上一世，这幅画的秘密被发现的时候，几乎是震惊世人。 更加神奇的是，还有一位收藏家手持了《送子天王图》的第三层，也是笔墨最浓郁的那一层。为了把三层复原，那位收藏家花费天文数字，才把这幅图里的两层买了回去，这才完美还原了《送子天王图》。陈默清楚的记得，这画圣吴道子的《送子天王图》在拍卖界被拍出了五亿的天价。一方面是因为此乃画圣的真迹，另一部分也是因为有三合一的佳画。不过在后来，这幅《送子天王图》在大夏国被盗走。 再次出现的时候，却在樱花国的国家博物馆里。而那位收藏第三层的画家，正是本次陈默所要寻找的目标——省土地司一把手高明远。高明远家很近，就在省城最繁华的位置，坐车半小时就到了。陈默在告别了熊志文后，自己驱车赶往了这里。只不过高家戒备森严，必须由业主亲自确认才允许进入。陈默只好告诉门卫，自己认识高明远，不信可以打电话核实。门卫拿起对讲机问了几句，然后把话筒递给陈默。高先生说不认识你。 你自己跟他说吧。陈默接过电话，里面传出了一位中气十足的中年男子的声音：“哪位？高司您好，我叫陈默，手上有一幅名画想卖给您，相信您一定会感兴趣。”陈默道：“哦，你说说看，谁的画？”高明远这个画痴果然被陈默勾起了兴趣。陈默神秘的一笑道：“是一幅临摹的《步辇图》，不过也是知名画家画的。至于是谁，见了面您就知道了。”《步辇图》是唐朝画家阎立本的名作之一，是大夏十大传世名画之一，与《宋子天王图》。 不相上下的绝世珍品，现在《不辇图》被捐献给了国家博物馆，多少钱都买不到。不过，若是名家临摹的《不辇图》，也是难得一见的。随后，沉默进入了高家别墅，保姆带着沉默走过了长长的走廊，这走廊上挂满了各朝代的绝品画作，单单这个画廊上的画作的价值，恐怕都得几个亿。进屋后，沉默便看到一位气质儒雅的中年男子，正站在客厅的书桌前笔走龙蛇。他的这栋别墅里，现代化的电器很少，大部分都是古董。 可见其对古玩的热爱。高先生，门口那个卖画的人来了。保姆提醒道。高明远抬头看了沉默一眼，然后放下笔道：“不知阁下的不辇图是哪位名家临摹的？阁下放心，只要画作让我满意，价格不是问题。”沉默摇摇头道：“高先生，抱歉了，我要卖给您的并非不辇图，而是画圣吴道子的《送子天王图》。”《送子天王图》。高明远微微皱眉：“那是哪位名家临摹的？并非临摹作品，而是真迹。”沉默咧嘴笑道：“真迹。” 高明远顿时脸色拉了下来。那你可知我手里就有一张宋子天王图的真迹？当然知道。不过您手里那一幅是……沉默话都没说完，高明远便拍案而起，怒斥道：“来人，把这人给我丢出去！又想骗我？以为我高明远是冤大头吗？”言罢，立刻有两个大汉走了进来，拖着沉默就往外走。哎，高先生，您听我把话说完。我……哎，我裤子掉了，别抓我，我自己走行了吧？沉默简直哭笑不得。这个高明远表面上看着儒雅随和，没想到脾气这么臭。 连他说话的机会都不给，就直接把人给赶走了。不过沉默倒是也能理解，老子手里有真迹，你又跑过来卖给我真迹，这不是把老子当白痴吗？再加上沉默进门就是靠撒谎，这几点合在一起，直接被高明远判定沉默是个骗子。哎呦<有>！随着一声惨叫，只穿着裤衩的沉默被丢在了门外，连那副送子天王图》的真迹都被如同垃圾一样丢在了地上。沉默拿起画卷检查了一下，松了口气，还好画没事。 抬头看着大门紧闭的高价别墅，沉默苦笑一声。这个土地司的一把手还真是不好对付。想了下，他没敢再去敲门。此时此刻，高明远正在气头上，万一再惹到他，他把自己的话给烧了咋整？看来心急吃不了臭豆腐这句话是真的。略显失望的沉默，只能驱车回家住下，准备第二天再来。手里拿的是真品，沉默还就不信成功不了。第二天一大早，沉默刚走到别墅门口，昨天把沉默丢出来的那个保镖正在门口训斥着一众保安。就在昨天。 你们居然放一个骗子进了高价别墅，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吗？知道这里面有多少值钱的东西吗？知道这里面住的人都是什么达官显贵吗？无论是这里的物品丢失，还是这里面的人出了人身安全，你们就是十条命都不够丢的。高价给你们市场价三倍的薪资，不是让你们来吃干饭的，懂吗？一群保安被训得瑟瑟发抖。高价别墅里住的人有多牛，他们当然知道了。想想昨天放沉默进去，他们就一阵后怕。真要丢了个值钱的玩意，或者伤到了什么人。 他们怎么赔？命赔了都赔不起啊！而这时，一名保安看到了陈默，立刻愤怒的吼道：“死骗子，你还敢来找死是吗？”陈默立刻抱歉的鞠了个躬，然后对那名保镖队长道：“这位大哥，麻烦告诉一下高斯，我真不是骗子，他手里还有我手里的宋子天王图，都是真迹，只要让我见一面，我就能证明。”保镖队长撇着嘴，一脸鄙夷的看着陈默道：“行了行了，我们家高先生是什么咖位？他说你是骗子，你就绝对是骗子。我警告你，你要是再敢来，这一次可不只是一条裤子了。” 看见那边的歪脖子树了吗？我让人把你全身都扒了，掉那棵歪脖子树上，让来往的路人欣赏。你信不信？言罢，几名壮汉围,围了过来，对着沉默又是掰手腕，又是动脖梗的。我信，我信！沉默赶紧摆手，战术性撤退。这么多大汉，他可吃不消。离开之后，沉默在别墅周围转悠了一圈，除了那个人工湖，他有希望游进去，其他地方的墙都太高了，里面还养着恶犬。但是游进去，话怎么办？而且就算进去了，大概率招待他的。 也是那几位大汉，这让陈默感觉无比难受。重生以来，还是头一回见到这么难搞的人。关键是，他这次没装神弄鬼，还是说的实话。陈默正琢磨着要不要回去找熊志文再帮帮忙的时候，一道声音在陈默身边响起：“陈先生，您怎么在这儿？”陈默扭头看去，发现跟他说话的正是古董界的泰斗城万里城老爷子。陈默叹气道：“生意上的事儿遇上了点麻烦，是想找高斯吗？如果是的话，我可以帮你引荐一下。”程万里道：“昨天。” 陈默的那尊献王黄金猫被免费捐赠给了大夏国家博物馆。陈万里对陈默可谓是感激淋涕，所以这点小忙还是愿意帮的。第一百六十五章，两幅都是真迹，那就多谢程大师了。陈默感谢道。两人朝着大门口走去。陈万里问道：“陈先生，您找高斯是为了省城的那块帝王吗？”程大师，你也知道那块帝王？陈默诧异道：“哼，经常跟高斯在一起吃饭。这些日子，他说因为那块帝王来找他的人多如牛毛，快把他烦死了。” 那程大师，您和高斯的关系是算是名义上的师徒关系吧？陈默愣了下，随即心中大喜，有了程万里的帮忙说话，想必高明远怎么也能多点耐心。两人聊着天，来到了高家别墅的门口，一看到是程万里来了，门卫全都恭敬的鞠躬示意，程大师。不过看到他身边的沉默后，立刻又耷拉下了脸来，怎么又是你？来人，把他裤子扒了，掉那边的歪脖子树上去。程万里不太清楚他们的事儿，见门卫脸色不好看，立刻道。 这位是我的朋友陈先生，你们肯定是误会了。听说是陈万里的朋友，门卫露出了意外的表情，正想着打电话给高明远咨询一下意见，高明远的声音就传了过来：“陈老师，您来了，怎么不告诉我一声，我好亲自去接您啊？”不过当高明远看到陈默的时候，立刻脸色一变：“怎么又是你？马上滚，否则我报警了！”陈万里急忙道：“明远，这位是陈默陈先生，绝对不是什么骗子，不是骗子。好，陈老师，我的那幅《送子天王图》可是看过不下上百遍了，昨天。” 他一来到就说他有《送子天王图》的真迹，他不是骗子，难不成我是骗子？高明远愤怒道：“老师，你知道我平时最恨的就是骗子。今天，请您别怪学生不给面子。来人，给我赶出去！”陈万里诧异的看向了陈默，因为他知道陈默昨天买了一副送子天王图》的赝品，是齐大师临摹的。现在你陈默拿赝品当真品来给高明远，这也忒不地道了吧？没等陈万里开口问明白，却听陈默道：“没想到外人口中对古玩字画有着深入研究的画痴。” 却是一个手握残次品不自知的人，还是说高斯明明知道自己那副是残次品，却因为面子不好对外说，故而只能一瞒到底。陈万里闻言脸都白了，他这个徒弟可是出了名的臭脾气，最关键人家家境显赫，整个江海省敢跟高家对抗的人不超过五指之数。现在高明远本就在气头上，你怎么还敢出言讽刺？想到这，陈万里赶紧拉着陈默道：“陈先生，高斯现在在气头上，你赶紧走吧，不然以他的脾气是真有可能报警的。”走，呵呵。 没那么便宜。高明远阴沉着脸盯着沉默道：“今天如果你不把事情给我解释清楚，哪儿也别想去。”正合我意。沉默一摆手：“这里不方便，里面请吧。”哼！高明远一拂衣袖，转身回别墅。两人急忙跟了上去。来到客厅内，沉默不敢再故弄玄虚，直接把画卷摆了摆在书桌上，对高明远道：“高四，你看这是什么？”陈万里低头看了一眼，无语的拉着沉默道：“陈先生，这是赝品，你忘了吗？”高明远看了两眼，顿时嗤笑道：“我以为你拿着画卷。” 三番五次闯入我的别墅，又让程大师带您进来，必有什么高论。没想到竟然只是拿了这么个玩意过来。我高明远虽非什么古玩界泰山北斗，可也能认出来这幅画是齐大师的手笔。齐大师虽然也是大夏国赫赫有名的画家，但是比起画圣吴道子还差得远。高斯，我已经说的很明白了，这话是真的，你那幅也是真的，难道您还不清楚？陈默问道。清楚什么？你有屁快放！高明远不耐烦道。陈默无奈，只能扭头对程万里道：“程大师，可否麻烦您为我揭表？” 接表指的是已经装裱过的字画，因年代久远，需要重新装裱的工序之一，即把画芯由旧表上揭下来，然后好重新装裱。而想把藏在这幅画下的秘密重见天日，恰好可以利用这项技术。接表技术复杂，一般的装裱师傅未经专业训练做不了，稍不小心就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所以在需要接表时，必须由技术极其成熟的师傅来做。而对于程万里这种古玩泰斗，接表自然简单如吃饭喝水，由他来操作再合适不过了。接表难道说？ 程万里一愣，似乎想到了什么，眼珠子瞪得大大的，死死盯着这幅画作，倒吸了一口凉气。第一百六十六章，无奈化身忽悠大王。程大师想的不错，沉默脸上终于露出了笑容。原来是这样，若果真如此，那简直又是古玩界一重磅发现，比现王黄金猫还要重磅百倍的发现。说着，程万里急忙道：“明远，快去给我准备接表的器具。”高明远一脸懵逼的问道：“老师，你们两个在这打哑谜呢？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明远。 陈先生已经提醒的这么明显了，你怎么还不明白？亏你还是我的徒弟！陈万里不满的摇摇头，然后道：“这幅画最表面是齐大师的临摹作品，而下面却是画圣吴道子的真迹。宣纸是分层制作的，一张普通的宣纸可批为两三层，好而厚的宣纸甚至可批为十数层。从明代以后，书画多以宣纸，因为宣纸的寿命比绢帛长，而且具有这种独特的性能。凡用宣纸做的古书画，一经到了商人的手里，他们便将原作批为可能批成的层数。” 然后再分别用宣纸将披下的每一层脱裱加厚，这样一件作品便变成了两件、以至多件。只是劈开后的各层，即便是最上面的一层，其色彩都不如原作。作为者需要照原作分别加以描补，再用熏旧法使之变旧，令人难辨真假。不老实的装裱匠人经常使用这种办法偷窃别人的书画。程万里的解释很详细，高明远一听就明白了。此时此刻，一直不信的高明远内心也开始动摇了。难不成他那张《送子天王图》真的只是数层宣纸中的一层？ 一切答案只等程万里揭表完即可揭晓。程万里的揭表技术极其娴熟，说是大夏国最牛的揭表师傅都不为过。每一个动作都无比的小心翼翼，眸子里全是渴望的光芒。沉默觉得，这一刻哪怕让樊冰心脱光了站在程万里面前，他都能视而不见。完整的揭表过程很长，加上程万里尤其小心，一直忙活了四个多小时，终于把第一层揭了下来。第二层依旧是齐大师的临摹作品，这一点沉默一点也不意外，毕竟想要完全掩盖住真迹。 单独的一层是不可能的。又过了三个小时，第二层、第三层都被揭了下来。在揭完三层之后，陈万里脸上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水，又把手上的汗水全部擦得干干净净，这才拿起放大镜仔细观察起来。越是观察，陈万里越是心惊，最后身躯止不住的狂颤起来。快，明远，快去把你那幅《送子天王图》拿过来对比一下。高明远连忙应声，跑去收藏室。过了一会儿，拿着一幅画卷回来。高明远将画卷展开，放在那幅画平行的位置。 自己也观察了起来，越看高明远的眼神越是震惊与炽热。收藏《送子天王图》多年，高明远几乎隔几天就看一次，这话的每一处细节他都了如指掌。无论从哪方面看，这下面的一层都是吴道子的真迹无疑。四<死>陈万里倒吸了一口凉气，心中的震撼许久才平静下来。真的，这是吴道子的真迹，陈先生没有撒谎。而且这下面应该还有一层，乃至还能接出数层来。高明远则如同梦呓一般看着这两幅图，痴痴的道：“数层合一。” 画圣真品，何等奇迹啊！奇迹不止这一个。陈默将齐大师的那三层画交叉叠在一起，然后放在灯光下，一层细小的毛笔字在高明远和程万里震撼的目光中浮现在了灯光下。这是程万里声音颤抖的拿着放大镜读了起来。时局动荡，战火不断，老夫不忍国宝毁于战火，亦或被贼人夺走，故画此桌作，将其藏于画中，交于外国友人保管，并嘱咐他在安全时期交还大夏。若有一天国宝归下。 望后辈教于国家，供大夏千千万万子孙瞻仰画圣真迹风采。山翁绝笔。看完这段话，沉默三人沉默了许久不语。尤其程万里早已是一把老泪纵横，拳拳赤子心，耿耿桑梓情。齐大师临死之前还想着国宝归国之事，大仁大义，令人敬佩。高明远则深吸一口气，舒缓了一下沉重的心情，问道：“陈先生，你想卖多少钱？”看他的表情，很明显是势在必得。高斯，您是想，我想把它买下来，让国宝合而为一。” 并捐给博物馆，完成齐大师的心愿。陈默欣慰的点点头，道：“好，高斯满腔爱国心，在下佩服。只要高斯您能帮我一个小忙，这幅画我便赠与高斯您了。”什么忙？高明远皱眉道。陈默将那块帝王的事情与自己的计划告诉了高明远。然而高明远沉默许久，却出乎意料的摇了摇头：“陈先生，工作是原则问题，抱歉我帮不了您。这幅画您出个价吧，一亿、两亿、三亿，您说，我绝不还价。沉默要的是那块帝王。” 要的是省城房地产市场，高斯没办法通融一下吗？陈默坚持道。没有高明远的帮忙，陈默的计划就没办法进行。那块帝王和省城房地产市场也只能拱手送人。高明远坚定地摇了摇头，这让陈默头疼极了。早就听说高明远在工作上极其有原则，谁能想到有原则到了这种地步，连画圣的真迹都打动不了他。没办法了，陈默只用绝招了。哈哈，陈默朗声笑了起来，似乎很开心，并且一副十分满意的样子，看着高明远。 陈先生，您笑什么？高明远疑惑道：“爱国立场坚定，有原则，不愧是我白龙王看中的男人，不枉我来此助你渡劫。”陈默欣慰的看着高明远，不住的点头。高明远此时，高明远一脸懵逼的样子。陈默将那幅画直接交在高明远的手上，并开口道：“你乃火德星君下凡，前世我犯了天条，被玉帝下令处斩，是你舍命为我求情。这一世我来寻你，是为了报恩。”高明远，你印堂发黑，起色欠佳，我算到你近期官杀之身。 定有血光之灾。如果遇到麻烦，切记切记，南方是我白龙王气运笼罩的地方，往南方跑，吉星高照，可保平安。第一百六十七章，连何超群我也一起办。当初没钱没势，沉默没办法，只能是靠忽悠来取得人的信任。有钱之后，沉默已经非常刻意的在淡化神棍属性了。不过现在碰到高明远这么个又臭又硬的人，他也只能故技重施了。在说完这番话之后，沉默直接扔下送子天王图，转身就走。走的时候还刻意仰天大笑。 一副无比畅快开心的样子，但其实沉默的内心在滴血。那可是《送子天王图》啊，国宝啊，单拿出来卖，卖个几亿都没问题。而之所以敢这么对高明远说，并非沉默无的放矢。前一世沉默在电视上看到过高明远的生平报道，在两千年之前，高明远一直顺风顺水，但是就在两千年的近期，他将遇到一次灾难。这次灾难让他变成了瘫痪在床、吃喝拉撒都要人伺候的活死人。其实事情不复杂，高明远带着老婆去逛街购物。 意外遇到了地震，购物中心当时有南北两处逃生门，他选择了北面那扇，结果刚跑到门口，地板塌陷，直接把他卷了下去，当场就把脊椎给摔断了。因为摔得太厉害，神经损伤严重，即便是脊椎接上了，也失去了功效。高明远除了一个头能动，脖子以下再也没能动的部位了。纵使高家再有钱有势，也换不回高明远的健康了。高明远的后半生一直感慨，当时如果自己选择从南门逃跑，就不会有这事儿了。只能说一切的不幸。 都是命中注定，高明远自然不会相信沉默的鬼话。只不过沉默将画免费赠给了他，所以对于沉默，高明远没有什么坏印象。将《送子天王图》合而为一后，高明远亲自奔赴帝都，把画捐给了帝都博物馆。这次捐赠也让《送子天王图》免遭流落异国的苦难。翌日，心情大好的高明远带着自己的漂亮老婆去购物，逛到一半的时候，突然高明远感到楼体一阵剧烈的晃动，然后就听到一阵阵的尖叫声：“地震了，快跑啊！” 震感特别强烈，没多久，高明远惊愕的发现楼梯已经开始倾斜了，楼要塌了，大家快跑！现场的人到处乱跑，尖叫不断，一阵阵轰鸣声从大地之下传来。高明远也没多想，抓住老婆的手就想往北边跑，因为比较近，已经快跑到北门了。忽然之间，高明远脑海中闪过了陈默说过的话，虽然对于陈默那翻神棍言论，高明远嗤之以鼻，但突然的灾难发生，还是让他心里有点发怵。走去南门，高明远道，北门马上就到了。 你跑去南门干嘛？这不舍近求远吗？老婆无语道：“一时半会也解释不清楚，你跟我去南门就对了。”高明远抓住老婆就往南门跑，结果才刚跑到南门，就听到北边轰隆一声巨响，转头看去，却见北边的地板垮塌，无数人直接坠落下去，惨叫声连连，还有人尖叫道：“死人了！”看到这一幕，高明远顿时手脚冰凉，吓出了一身冷汗。如果刚刚他没往南边跑，恐怕他跟他老婆都得掉下去。从南门下了楼，安全之后，高明远打听了一下。 从北门跑的人死了许多，那边地板一塌就是三五层，从那么高掉下去，下面还有钢筋，上面还有石头落下，不死也得重残。逃过一劫的高明远与自己老婆互相对视一眼，都心有余悸。呼呼呼，老公，还好刚刚你拉着我往南跑，不然恐怕咱们今天都得交代在这儿。是啊，另一边，陈万里接到了高明远的电话，电话一接通，高明远焦急的声音就传入耳中：“老师，无论如何帮我约见陈先生，我要谢谢他的救命之恩。”陈万里一愣：“救命之恩什么意思？”啊？随后。 高明远将自己的经过告诉了陈万里，陈万里听后顿时震惊不已。陈默那番神棍言论，陈万里一直没信过，哪怕三番五次的看到陈默简陋。但陈万里觉得这也只是陈默对古玩研究的透彻罢了。对于陈默那番什么白龙王火得星君的言论，陈万里觉得那是哗众取宠，故意忽悠高明远的。可是现在事情真正发生了，陈万里忽然意识到自己可能想错了。古玩的事情还可以用研究透彻解释，但高明远的事儿呢？地震总不可能是陈默能预料到的吧？ 就算他能预料到有地震，怎么可能巧合到知道高明远会去购物？连他从北门逃生会有一节这么细节的事儿都能预料到，这也太神了。原本年事已高的陈万里对于鬼神之说就开始有点相信了，毕竟是人都怕死。现在亲眼目睹了这种能力，他开始觉得白龙王转世或许是真的。很快，陈默在家里接到了陈万里的电话：“陈先生，高明远让我帮忙约您吃饭，说是要感谢您的救命之恩。之前您在高家别墅给他批的命应验了，真的是太神了。” 连我都想请您帮我算算命了。听到程万里的这句话，陈默这才松了口气。成了，高明远是个重情重义之人，自己救了他和他老婆一命，这种大恩，那点小忙他应该会帮的。果然不出所料，高明远在饭局上对陈默是千恩万谢，并且表示帝王的那点事儿包在他身上了。搞定了土地司一把手，陈默回去将这个好消息告诉了公明。太好了，这次一定能让楚向东那孙子跌个大跟头。公明兴奋道。 只是让楚向东跌个大跟头吗？沉默嘴角微翘道：“你的意思是？”公明不解地看向沉默。何超群敢当着我的面羞辱子苑？这一次我要连他带楚向东一起收拾。”沉默道。什么？公明不可思议地看向了沉默，连何超群一起收拾，这怎么可能？何超群可是蒲城何家大少，就算损失点钱，也影响不了他在族中的地位吧？沉默笑着道：“公叔，安排车，我要约见何超林。第章”第一百六十八章与何超林的交易。江北一套豪华独栋别墅内，客厅沙发上。 陈默正襟危坐，眼睛目不斜视，表情极其严肃。倒不是他想把气氛搞得这么严肃，主要是坐在他对面的何超灵今天穿得格外清凉，露脐装、紧身自白絮，超短裙，一双长腿上还包裹着玻璃丝袜，简直要人命啊！本就是混血，长相就格外妖娆妩媚，再加上这么一身，往陈默面前一坐，二郎腿缓缓翘起，陈默不得不正了正身子，双手放在膝盖上以示清白。有缘千里来相会，看来陈先生跟我的确很有缘嘛。 何超麟眼神之中带着一丝戏谑和一丝轻鄙，看来之前沉默不给自己留联系方式就是欲擒故纵，这不，今天他终于按捺不住，主动找上门来了。何超林在知道沉默专门登门拜访后，刻意换上了这一身哪怕放在二零二一年都算很性感的衣服来逗逗沉默，的确很有缘。沉默随声附和道：“找我来是想谈谈情，还是说说爱啊？”何超林起身挪动着曼妙的身姿，坐在了沉默身边，玉手搭在沉默肩膀上，吐着芬芳的朱唇轻启。 声音柔柔媚媚的，弄得陈默耳朵痒痒的，心也痒痒的，仿佛有小猫在挠。何小姐，我来找您是想跟您做一笔交易。陈默轻轻将何超灵的手从自己肩膀上挪开，脸上不动声色道：“交易？”咯咯咯！何超灵笑得花枝乱颤了起来。坐在他身边的陈默看得尤为清楚。陈先生，我想您一定是找错人了。我虽然也是何家人，但我是庶出，在何家的地位低微，没钱没权也没人。顿了顿，何超灵冲着陈默妩媚的笑着道：“当然，我还是有的。” 陈先生要和我交易吗？其他人不了解何超林，沉默可太了解了。这是个不折不扣的狠人，杀人不眨眼的那种。上一世，他连自己的亲妈、亲兄弟都能毫不犹豫地陷害。何小姐，我也就开门见山了，我能帮助您在何家上位，甚至成为何家继承人。沉默淡淡道。何超林顿时脸色一变，刚刚那种放荡不羁的笑容彻底消失了。怎么帮？我该怎么相信你？何超林双手环胸，眼睛一瞬不瞬，如同毒蝎一样盯着沉默问道：“这么说。” 何小姐愿意和我做交易喽？沉默道：“先说说你的条件吧。”何超玲略一思忖，沉声道：“第一，我要你上位之后将何超群逐出何家；第二，我要五十亿的报酬。”沉默道：“五十亿！”听到这个数字，连何超玲都不禁啧舌。何家现在总资产才五千六百亿港元，这只是资产而已，流动资金恐怕也就几百亿。沉默，这等于是张嘴就要走了何家一大部分流动资金。倘若这个时候竞争对手趁虚而入，很可能会让何家出大乱子。 但何超麟还是毫不犹豫道：“好，我答应你。”此时的他一无所有，就算何家损失再大，他也没有任何损失。现在能告诉我你要如何助我上位了吗？”何超麟忍不住问道。“你回去之后要立刻不计一切代价的劝阻何家主提前布局线上博彩业，同时抛掉手上一切股票与期货，全方位买入医疗相关的股票和期货。”沉默认真道：“这是因为沉默记得，用不了多久，蒲城就将迎来千年难遇的鼠患灾害。这场鼠患带来了大量的疾病灾害。” 导致了线下博彩业萎靡，乃至彻底关停了近三个月之久。上一世何家就是因为这场鼠患，整体资产整整缩水了五成，可谓是惨不忍睹。那时候的何红火在接受采访时，不止一次的提到，要是他能提前布局线上博彩业，就不至于损失惨重了。就这，何超林无语了。现在互联网行业还不成熟，有几个人会愿意使用线上博彩的方式？还有何家购入的股票与期货，全是最最优质的，可以长期持有的。而最近几年，国泰民安。 医疗板块的行情一直比较微眯，抛掉优质股票期货，跑去买医疗板块，这不脑子进水了吗？嗯，沉默自信的点点头。这两条计策看似简单到了无脑的地步，可偏偏就是拯救何家的良策。陈先生，你说这些有什么依据吗？何超林问道。没有。沉默想了想，没用白龙王的那一套说辞忽悠何超林，这是个人精，那套说辞是打动不了他的。没有你玩我呢？何超林顿时脸色沉了下来。何小姐，我大老远冒着烈阳赶过来与你见面。 你觉得我就是为了玩你吗？陈默盯着何超林，认真道：“你可以不信我，不过如果你想上位，想成为何家继承人，就只能选择相信我。”何超林低下了头，大脑剧烈的运动了起来。的确，陈默好歹也是江北首富，他没那么无聊，浪费时间开车那么老远来这儿就是为了玩自己。更何况自己现在本就一无所有，根本不怕输。好，我相信你。何超林点了点头，在沉默面前又翘起了二郎腿，脸上恢复了之前那副不羁的模样。合作愉快，何小姐，我先走了。 沉默起身就要走，他现在是体会到啥叫如坐针毡了。在这多坐一分钟，沉默都觉得快憋死了。陈先生这么着急干嘛？再多玩会儿吗？我这儿有上好的拉菲，陪我喝两杯。喝醉了，今晚就在我这儿住下就是了。你放心，这儿除了我没有其他人。何超林笑盈盈的冲沉默了一下，那什么，家里还有事，就不多待了。沉默赶紧逃一般的跑了。再待下去，他真怕自己把持不住啊！一切的布局已经全部做好，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眨眼睛。 就来到了帝王竞标会的日子。这一天，竞标现场外面可谓是车水马龙，几乎整个省城叫得上名字的超级豪门和家族全部到了。第一百六十九章帝王竞标会，都是老熟人了，见了面少不了寒暄。陈总，您也来了哟？这不张董吗？你不是做生物制药行业的吗？怎么还对房地产感兴趣啊？嗨，<Hi, S 2> 我就是来看热闹的。这可是大夏有史以来最值钱的帝王，咱当然得来见证一下历史了，不是吗？这次啊，是江北首富跟省城楚家龙虎相争，有热闹看喽。 据说楚向东的儿子之前就是被沉默给逼得上了天台，这次不知道鹿死谁手。楚家这次可是得到了蒲城何家的支持，资金充足，就算来十个江北首富都不是对手。我倒觉得不一定。哎，你们在这吵个什么劲啊？赶紧入场吧！此时，沉默、公子院和公明也来到了停车场。这这个大多数人还把奔河马当顶尖豪车的时候，沉默一辆兰博基尼毒药冲进来，可谓是拉轰至极，直接成为了全场最靓的仔。所有人看向了他，都知道偌大个江海省。 能开这种车的，就沉默读一份。一下车，认识公明的人就围了上来打招呼。公明则笑呵呵道：“这次的主角不是我，是我们公事真正的老板，沉默。”沉默笑着跟富豪们彼此寒暄，那种虚情假意的客套做到了极致，就仿佛跟每个人都相见恨晚似的。这让公明感叹道：“真是块做生意的好料啊！”三人走到竞标会的入口，隔着老远就看到楚向东站在那。沉默，没想到你今天真的敢来啊！楚向东带着嘲弄的笑容走到三人面前，同时。 扭头看向了公子苑，眼神无比的贪婪。公子苑，康庄大道你不走，非要跟这种废物在一起？听叔一句劝，现在马上去跟何少说两句好话，何少还是会原谅你的。公子苑冷哼一声道：“你这么喜欢何超群，天天给他跪舔，干脆你嫁给他好了。”你，楚向东攥紧了拳头，点头怒笑道：“好啊，那就让我看看你能高傲到什么时候。等他忙完帝王的事，把何超群伺候好了，肯定会安排人把公子苑给办了。”莫哥，咱们走。 别理他，公子愿拉着陈默直接入场。在陈默跟楚向东擦肩而过时，楚向东寒声道：“我儿子的仇不会就这么算了，你等着，我父亲的仇也不会就这么算了。”陈默嘴角抹过一丝狡黠：“楚总还记得我之前说过送给你的第二份礼物吗？等竞标结束了，你就知道了。”接着，陈默扭头就入场了。入场之后，公子愿跟陈默道：“莫哥，你要小心楚向东，这人诡计多端，心狠手辣，不是好对付的。”陈默傲然道：“楚向东。” 他有什么资格做我沉默的对手？我的对手是何家，而不是楚向东。各方势力陆续到场之后，竞标会马上要开始了。有一行人在省府领导的带领下从小门进来，坐在了最前排带有长桌的位置上。这些人正是蒲城和家人，为首的是一男一女。男的三十五岁的样子，一副被酒色掏空了身体的样子，正适合超群。女的则非常漂亮，妩媚性感，再加上混血的容貌，充满了异域风情。一出场。 就吸引了绝大多数人的目光。何超麟在入座之时，看到了不远处的陈默，轻轻对其妩媚一笑，并快速了一下。陈默佯装没看见，低下了头。莫哥，我怎么感觉那个何超麟是在对你眨眼？公子苑格外敏感，你肯定看错了。我跟他就见过一次，还没说上话。你的意思是，你很想跟他说上话喽？啊！Uh, 陈默直接语塞。公子苑的手勾着陈默的脖子，看向了何超麟，品头论足道：“嗯，确实很漂亮，腿又长，腰又细。” 还是个混血，的确满足了你们男人所有的幻想。怎样，跟我分了，跟他过去？沉默顿时冷汗直流，道：“他就是穿的暴露了点，妆化的浓了点，跟你一比，那简直就是仙女跟宫女的区别。咱子苑这气质带出来多长面啊！满满的求生欲。”公子愿这才把紧紧勒着的胳膊从沉默脖子上松下了，顿了顿，公子愿又在沉默耳边低声的喃道：“你要是喜欢这样的打扮，以后在家我可以穿成这样帮你解决问题。”沉默大义凛然道：“子苑，你知道的，我跟你在一起。” 不是为了那种无聊的事情。顿了顿，明天带你去市中心的购物城，早就看好合适你身材的衣服了。公子愿鄙视的对沉默翻了个白眼，同时心里甜蜜蜜的。男朋友贪图他的身材和美色，他当然很开心。没多久，主持人上台拍了拍话筒，全场安静下来之后道：“尊敬的各位来宾，各位省府的领导们，大家好，我是本场竞标会的主持人王涵。本次的竞标会是由一阵竞标会和帝王的介绍，最后让我们欢迎来自蒲城的富商和超群何总以及其妹何超林何小姐。” 哗啦啦，一阵热烈的掌声。在场的富豪们不知道有多想与何家攀上交情，可惜全国都没有几个能跟何家比的。何家的身份和地位跟他们不在一个档次上，他们高攀不起。主持人继续道：“帝王的相关信息，刚刚我已经介绍完了。竞标会现在正式开始，底价二十亿，每次举牌叫价不得低于一千万。二十一亿。”主持人话才落下，立刻有人加了一亿。在常人看了去，叫价的是一名搞生物制药的富商，他此刻一脸轻松的样子。 似乎根本不在乎结果，在常人都会心一笑，大家心里都清楚，这就是来起哄看热闹的。这次的主角要么是沉默，要么是楚向东，其他人的财力和实力都差太多了。二十二亿，果然，楚向东紧接着直接跟上了。最开始叫价的人马上偃旗息鼓，开始叫一次，算是看热闹，抬抬气氛。要是再跟着叫，那就是得罪人喽。二十四亿，沉默直接举牌，一次加价两亿。这场拍卖会刚开始就火药味十足。第一百七十章。 我出四十五亿，所有人都安心做起了吃瓜群众，没有人敢在这个时候插手两人之间的战斗。楚向东冷笑着看了一眼沉默，何家给了他六十亿，比钱他怕谁？二十六亿，楚向东再次喊价，二十七亿，三十亿，楚向东直接一口抬了三个亿，并扭头对沉默叫嚣道：“年轻人，房地产的水很深，你把握不住，实力不够，很容易被淹死的。”三十四亿，沉默喊价道，开口抬了四个亿，顿时现场掀起了一阵小轰动。莫哥。 你抬价抬得太快了，咱们的底线是四十个亿，你这么个抬法，怕是很快就要超底线了。”公子渊担忧道。“无妨。”沉默淡然道。“抬价抬得很开心是吗？”楚向东那天见过沉默，知道沉默的底线，顿时戏谑的笑道：“好，我出三十九亿。”沉默立刻脸色一变，显得犹豫了起来。哈哈，笑啊，你继续叫啊！”楚向东叫嚣道。39 “三十九亿一千万。”沉默似乎被刺激到了，再次叫价。楚向东摇着头，干脆站起来，指着沉默的鼻子道。 太小家子气了吧？就只喊个最低叫价，我出四十二亿，有本事你继续跟。哗，这个价格一出，全场一片哗然。亿的价格已经超出太多人的预期价位了。按照以往的拍卖经验，这块帝王卖到四十亿已经是极限了。一是利润摊的太薄了，二是江海省没有人能拿出那么多钱来。没想到楚向东居然喊出了四十二亿，这绝对是天价了，甚至可能要打破大夏国土地的拍卖记录。此刻，全场所有人的目光都看向了沉默，所有人。 都心怀期待，希望陈默能继续跟，让这场竞标会的气氛更加热闹些。但理智上，大家都知道陈默很难再跟了。陈默没有那么多现金，怎么办？莫哥，超出咱们的底线了，要不咱们停手吧？公子渊紧张的看着陈默问道：“是啊，是超了咱们的底线，而且这个价位拿地根本赚不了几个钱。”陈默点点头，似乎是要认怂了。四十二亿，第二次还有要加价的吗？主持人说这话的实话，直接是看向了陈默，连他都知道其他人没有这个资本跟了。 四十二亿，第三次，第三次了，陈先生，你还加吗？这次主持人都忍不住直接点沉默的名字了。台下众人一片摇头，谁都没想到，本以为会出现龙争虎斗的战斗，居然以楚向东压倒性的优势结束了。楚向东将腿翘在桌子上，放肆大笑道：“跟不起了吗？叫啊，给老子继续叫啊！才四十二亿就跟不起了，还敢说跟我斗？我钱多到可以砸死你！”现场几乎回荡着楚向东嚣张的话语，听得众人一阵热血沸腾。这才是真正的大佬啊！ 那么四十二亿第三次成即将落锤之际，一道铿锵有力的声音轰然炸响。四十五亿，所有人都瞪大了眼睛看向了沉默。加价了，妈呀，四十五亿！沉默疯了吗？这个价位几乎没有利润了，不一定，说不定沉默只是想拿下省城的房地产市场呢。牛，四十五亿啊，比我们市两个首富身家加起来都高了。沉默的叫价瞬间引爆全场。莫哥，我们哪有那么多钱啊？公子愿低声急着问道。我们没钱。 但是楚向东有钱啊！沉默戏谑道：“公子愿瞬间明白了，这是想抬价，多让楚向东亏点钱啊！”第一百七十一章，帝王归我了，你前女友我也拿下了。沉默的叫价让楚向东脸上的笑容瞬间一滞，旋即他明白过来了。利润虽然薄，但四十五亿的价好歹不会亏钱，而且这块帝王对于省城房地产市场有着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就算是亏点小钱，恐怕沉默也得争。这是要掏干家底跟我拼了吗？楚向东不屑地狞笑着。 看向了沉默。四十五亿，第一次；四十五亿，第二次。主持人的声音此刻都在颤抖，这绝对是他主持拍卖生涯中的巅峰时刻了。这一次的拍卖绝对不能输，这块地王我必须拿下。楚向东已经跟何家打了包票，很快就能拿下省城的房地产市场。况且现在这个情况，所有人都在看着他，他也绝对不可能认输。四十五亿地，五十亿，我出五十亿！楚向东几乎以咆哮的方式吼出了这个堪称天文数字的价格。四。 亿<意>这个价格跌碎了无数眼镜，到吸凉气的声音此起彼伏。楚向东这是疯了吗？五十亿已经没有利润了，何止没有利润啊，简直是在倒贴钱！这不是帝王，这已经是地地了。这个价位的地，怕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呀、啊！除非帝都核心区域开放开发权，否则全国不可能有这个价位的地了。气氛瞬间被烘托到了极点，所有人眼睛都红了。五五十亿一次，五十亿第二次，还有没有叫价的？五十亿第三次了。 主持人都忍不住加速了叫价，甚至连陈默的名字都不点了。他都认为这个价格已经离谱到极点了，应该可以结束了。楚向东嘴角微翘，歇斯底里地对陈默吼道：“陈默，你继续叫啊，掏干家底跟我干啊！你难道就眼睁睁地想看我把帝王拿走，把省城的房地产市场夺走吗？来来来，拿钱干我啊！”一旁的何超群也鄙夷地看着陈默道：“借个大陆仔应该是没钱了，真戏没出息，才五十亿而已，借就怂了。”何超林却在旁边冷笑不已。陈默明显是在遛狗。 这一点和超群居然都看不出来，何家选他当继承人真是败笔。五十五亿！正当所有人都以为拍卖会要结束的时候，突兀的一声不算很大，却在震撼在场所有人的声音轰然炸响。沉默淡定的举着牌子喊下了这个让所有人都觉得难以置信、匪夷所思、不可置信的价格。静<进>，一片寂静。这一刻，仿佛全世界都安静了下来，甚至主持人在台上举着拍卖锤都定格在那了。几秒钟后，哗，一阵哗然声。 轰然爆发开来，五十五亿，我没听错吧？只是买一块地，这不亏到姥姥家了吗？陈默疯了，不，这是在烧钱换市场。只要能拿下省城的市场，未来这些钱他可以慢慢赚回来。这一刻，楚向东的眼中满是不解、疑惑、难以置信和不可思议。和家人虽然给了他六十亿的流动资金，可这些钱可不光是用来买地的，还有未来布局整个江海省房地产市场的钱、营销钱、招兵买马的钱等等，全部包含在里面。一买地。 已经完全超出了楚向东的预算了。现在沉默却把价格抬到了五十五亿，他在恶意抬价。楚向东站了起来，指着沉默的鼻子，愤怒地咆哮道：“他没有那么多钱，他不可能有那么多钱的。我反对，我要求省府对其进行资产审核。如果恶意抬价，不光要被取消拍卖资格，交的保证金也是不退的。”楚向东笃定沉默没那么多钱。这时，土地司的高明远站了起来，淡定道：“沉默之前向银行抵押了公司，他名下的石油公司还有莫逊。” 现在他的账户里有六十五亿的资金，并没有恶意抬价。轰！高明远的话如同一道炸雷一般，炸得现场所有人脸色巨变，连一直高高在上的何家大少和超群都忍不住脸色沉了下来。楚向东脸色狰狞的看向了陈默，他明白，陈默这是在释放一个信号：帝王和省城的房地产市场，陈默势在必得，哪怕不计后果，把所有资产全部抵押变现，也在所不惜。实际上，陈默怎么可能这么做？莫逊和石油公司。 在未来都是能下金蛋的母鸡，市值破万亿的大公司，这只是他吩咐高明远帮的第一个小忙而已。好好好，沉默，我倒是小看了你的决心了。你要玩，我就跟你玩到底。六十五亿，楚向东用尽了毕生的气力，振臂咆哮，状若疯癫。不可能，你没有那么多钱。高斯，我要求对他进行资产审核。沉默也脸色大变，一副很恐惧、很害怕的样子。高明远看向了楚向东，楚向东，你的账面上只有六十亿，这张卡里有我这辈子所有的积蓄。 一共五个亿，可以现场验资。楚向东拿出了一张银行卡，交给了验资的工作人员。很快验证完毕，工作人员冲高明远点点头，高明远也点了点头，然后对沉默道：“他的资金没有问题，怎么可能？怎么会这样？我抵押了所有的资产换来的资金，怎么会是这种结果？”沉默一下子瘫坐在了椅子上，公子愿赶忙扶住沉默，一边捏他人中，一边关切道：“莫哥，你没事吧？”六十五亿一次，六十五亿第二次，六十五亿第三次，成交。 恭喜楚向东楚先生竞标成功！主持人一锤定音，在场所有人仿佛经历过一场大战一样，全都长舒一口气，擦了擦额头上的汗，同时唏嘘感慨不已。有蒲城何家支持的楚向东还是强啊！哪怕沉默抵押了所有身家，依然还是输给了楚向东。哈哈哈！哈，楚向东歇斯底里的狂笑了起来，狰狞的看向了倒在公子院怀里被掐人中的沉默。沉默，任你抵押全部资产，倾尽所有心血，最终这块地还是被我楚向东拿到了。我说过了。 跟我斗，你还太嫩。同时，楚向东狡黠的一笑，用一种可怜的语气道：“哦，对了，陈默，我忘了告诉你了，你苦苦哀求复合的前女友唐萌萌，之前已经被我拿下了，还跟我解锁了不少新姿势。”这话其实是说给场中其他人听的，他要让所有人都知道，陈默被他楚向东戴了一顶大大的绿帽子。第一百七十二章，楚总，难道唐萌萌没告诉你吗？这一刻，所有人都用怜悯的目光看向了陈默。竞标书给楚向东。 苦苦哀求复合而不得的女人也被楚向东给睡了，还有比沉默更惨的男人吗？然而出乎意料的是，沉默并没有愤怒、生气、破口大骂的情况出现，反而在楚向东说完话的下一瞬间，沉默恢复如初，直接从容淡定的站了起来，一脸戏谑的看着楚向东：“楚总，恭喜恭喜啊，六十五亿拿下了这块地。你”你楚向东诧异的看着沉默，接着他一瞬间反应了过来，装的，这一切都是沉默装的，他的确是在恶意抬价，从始至终。 陈默都没有想高价拿地，一块价值四十亿的地，硬生生让陈默抬高了二十五亿的价格。反应过来之后，楚向东脸色惨白，却还强撑道：“你就嘴硬吧，好吧，地的事儿就算我嘴硬吧。不过你跟唐萌萌在一起的事儿，确实挺让我意外的。”陈默长叹一口气道：“呵呵。”楚向东傲然道：“魅力这种事情跟年龄无关，你也不用太难过，不是？楚总，你难道不知道吗？”陈默诧异道：“知道什么？”楚向东疑惑道：“唐萌萌很久之前。” 就被确诊艾滋病了呀？他没告诉你吗？沉默道。什么？楚向东的声音一颤，脸色变了又变。不信的话，你可以打电话问问唐萌萌。沉默顿了顿，用关切的语气问道：“楚总，你跟唐萌萌那个的时候，有做好安全措施吧？”我，楚向东此刻惊慌到了极点，就是因为没做安全措施，他才害怕啊！再说了，艾滋啊，你就算做了全套的安全措施，你能不怕？楚向东顾不得其他人怎么想，手颤抖的跟隔壁吴老二似的，急忙拿起电话拨了个号码过去。喂。 唐萌萌，你你是不是有艾滋？是啊，我有艾滋啊！你楚向东快要疯了，几乎气得身体止不住的抖动抽搐了起来。你有艾滋为什么还要跟我睡？你个害人精，你害死我了！楚向东，明明是你把我灌醉了，玩的我。事后你不也无情的把我抛弃了，连房钱都没出吗？呵呵 <laughs> 这叫一报还一报。你呀、啊，早点去医院治疗吧，说不定还能多活几年。嘟嘟嘟，楚向东瞬间崩溃了，居然当场嚎啕大哭了起来。周围的人见状，原本还想跟他握手来着。 现在全部跟躲瘟神一样，全部吓得后退了十几米。任你钱再多，身份地位再高，只要得了艾滋，那就会成为万人嫌。楚总，你别这样。哎，要是你第一时间把你跟唐萌萌在一起的事儿告诉我多好。七十二小时内，只要打阻断剂，就不会有事的。你现在才告诉我，太晚了。沉默摇着头，一脸叹息的样子道。突然，楚向东好像想到了什么，他一脸不可思议的样子，颤声道：“是你，那天是你故意安排我跟唐萌萌见面的，是你故意要害我的。” 结合沉默之前说过的话，还有唐萌萌出现的时机，楚向东很容易就推断出来，这是沉默设的一个局。楚总，你在说什么？我怎么故意害你了？我甚至都不知道你跟唐萌萌有过接触的事儿。沉默玩味的笑道：“就是你那天在酒吧，就是你故意让我看到唐萌萌的，是你害我得了艾滋。”楚向东咆哮道：“好，退一万步说，就算真是我让你见到唐萌萌的，可我总不可能强迫你跟唐萌萌发生关系吧？”沉默耸了耸肩，一脸无辜的样子道：“陈默，我杀了你。” 楚向东刚要动手，就被一群保安给拦住了。陈默带着公子苑转头就走，这场好戏他已经看够了。楚向东看着沉默的背影，几乎咬碎了牙，怨毒道：“帝王还在我手里，你别妄想吃掉一丁点省城的房地产市场。我就是把家产全部赔光，也要吞掉你的市场份额。”沉默，我还没输。很快，那块地就不是你的了。沉默头也不回，轻笑着摇摇头，喃喃道：“竞标会结束之后，公明特意大摆筵席，为沉默庆功，痛快，真是太痛快了。” 楚向东那个傻，竟然多花了二十五亿去买地。何超群回去肯定会把他给骂死。<laughs> 来，沉默，我闷了，你随意。公明连喝了几杯，脸都红了。公子愿无奈道：“爸，医生说了，你高血压，不能喝酒的。”哎，酒是粮食精，越喝越年轻；酒是粮食做，不喝是罪过。这倒都倒了，我要不喝，那不是犯罪吗？公明笑呵呵道。公子愿生气道：“死得早，当然年轻了。”沉默见公子愿气鼓鼓的看着自己，赶忙劝道。 公叔，现在高兴还太早了，地还没到咱手里呢。等到了，你再喝也不迟。闻言，公明这才放下了酒杯。对了，陈默，何超林那边，你为啥要了钱，而不是要合作或者商业资源之类的东西？那么多钱，何超林能给你吗？陈默直接摇头，不可能的。那么一大笔钱，何超林绝对不会舍得给我。不过他不给我钱，应该也会记我一个人情。我的目的其实只是除掉何超群这个对手而已，扶何超林上位只是顺带的。公明点点头，的确，空口无凭。 一那么一大笔钱，怎么可能说给就给？但是如果能换来何家的人情，也是非常划算的。那你确定何超玲能成功上位吗？公明道能不能上位，还要看何超玲这个女人自己的本事有多少。就算她上位不成，也绝对能够让何超群喝一壶的。到那个时候，何超群不会再有心思忙活内地的市场了。沉默笃定道。另一边，医院里，在确诊艾滋病后，楚向东的精神几乎快要崩溃了。楚先生，您也不要太过伤心，您这只是初期而已，只要积极治疗。 存活期其实是可以接近于正常人。听到医生的话，楚向东这才稍微好受了些。只不过后面会出现咳嗽、气促、呼吸困难、持续性腹泻、便血、肝脾肿大，并发恶性肿瘤等情况。当然，全身上下不舒服、烂胳膊、烂腿、烂屁股也是常有的事。不过这并不会影响您的寿命。楚向东再次崩溃了。从医院回家没多久，何超群就找上门来了。楚向东，借到底系怎么回系？你不寄缩四十多亿就能拿下那块地的吗？ 为什么把我给你的钱全部花光了？第一百七十三章百鸟归巢入雀龙风水局。楚向东无奈道：“何少，能不能把舌头捋直了说话？我实在听不懂。”没办法，何超群只能又骂了楚向东一遍。楚向东听完后，急忙解释道：“何少，这件事真的不能怪我，都怪那个沉默太卑鄙了。他居然……你不要过来啊，离我远一些。”何超群有些恐惧的往后退了几步。楚向东内心快委屈死了，却只能缩在角落里，隔着很远，大声对何超群解释了一番。 何家的长辈若是知道我选的人花了六十五亿买了一块价值四十亿的地，一定会骂死我的。算了，钱已经花出去了，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必须尽快把帝王开发出来，早点动工，我也好给何家一个交代。是在楚向东风风火火开始了动工的同时，何超林随便找了个借口，连夜飞回了蒲城何家，求见了何家家主何红火。这位蒲城的博彩大王，拥有五千六百亿身家的超级富豪，此时已过了古稀之年，头发花白，但依然精神矍铄。玲玲来了。 何红火淡淡一笑，并未多做理睬。他的儿女众多，对于这个意外出生的混血小女儿，何红火的感情不没有多深厚。爸，有件关系何家存亡的大事想跟您说。何超灵表情严肃道：“嗯，什么事？”何红火惊愕的看着何超灵，何超灵将沉默的那一套说辞原原本本的告诉了何红火。如果不提前布局线上博彩业，不把钱投入到医疗相关的股票和期货中去，何家一定会出现巨额亏损的。何超灵道：“玲玲，生意上的事你不懂，也不要多插手。” 我累了，需要休息了，你回去吧。何红火眼神冰冷的看着何超林，这种话他听过太多太多了。他的每一个子嗣都妄想插手家族生意，若是他都相信，何家早就没了。爸，我说的是真的。我，哼。何红火冷哼一声，眼神冰冷的看向了何超林，几十年上位者的气势立刻震得何超林娇躯一颤。我不喜欢子女插手家族生意，你的话，我不想再多听一个字，马上走。何超林知道他无论说什么，何红火都不会相信的。 无奈的何超灵只能丧气的离开了，回到自己的房间，他打电话给了陈默，把情况说了一下。陈默知道，想除掉何超群这个对手的关键，就是说服何老爷子。你把电话交给何红火，我亲自跟他说。陈默沉声道：“这你能行吗？”何超林怀疑道：“连自己这个何红火的亲女儿都说服不了他，陈默一个外人，怎么可能说服的了？那你还有别的办法吗？”何超林顿时语塞。很快，何超林再次出现在何红火的书房：“你又来做什么？”何红火脸色不善道：“爸。” 有位高人想跟您通话，就是告诉我这些话的人。何超玲如实交代道：“哼！”何红火夺过电话，冷冷道：“说吧，你是谁？蛊惑我的小女儿，让我做那些不着调的事情，做什么？”何先生您好，我叫陈默，您也可以称我为白龙王。”陈默淡淡道：“白龙王，不错，因为我乃白龙王转世。这次找到何超玲小姐，是为了祝何先生渡劫。”打住！何红火冷笑道：“那你知不知道，我这个人最不信的就是风水迷信，我相信的是科学。”何红火曾经在公开场合说过。 他这辈子最讨厌迷信的人。他能成功，完全靠的是科学。博彩业说白了就是数学，而他就是靠的数钱成为了博彩大王。他也曾经多次强调，自己的成功并非偶然，从来不信天，也不信风水，只有靠自己的努力以及多读书才能够改变命运。如今，沉默以一个迷信的身份与他通话，何红火只觉得可笑。哦，是吗？电话那头的沉默诡异的笑了起来。你笑什么？何红火怒道。外人皆说博彩大王何红火不信迷信。 可果真如此吗？你什么意思？啊？沉默不急不缓道：“您在蒲城最大的博彩场子，应该是让风水大师精心设计过的，能使置身其中的人输多赢少。客人由踏进场子的第一步开始，在满布风水阵法的场内，就无可幸免的成为任其宰割之笼中鸟。虎口大门上的吸血大蝙蝠栩栩如生，取名学问借木取火阁，借木望火之局。这风水格局叫百鸟归巢入雀笼，对吧？”轰！何红火顿时身躯一颤，额头冒出了许多冷汗。他在外面。 一向以相信科学、信奉数学著称，可从来没有人知道，其实何红火恰恰最相信的是风水学，尤其是这个“百鸟归巢入雀笼”。在做成之后，何红火在博彩业一路顺风顺水，做到了博彩大王的位置，他就更加相信有风水一说了。但这是一个绝密，哪怕是他最最相信的手下，哪怕是他的父亲、兄弟、儿女，都没有一个人知道。当年给他布风水局的大师也早已仙逝。陈默又是怎么知道这件事的？第一百七十四章说服何红火，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我的厂子的装修格局，只是为了方便和好看。何红火不动声色道：“哼，何先生不信的话，那我就再说几点。你曾经找人看过相，那人说你天庭饱满，双眼巨神，耳垂巨幅，鼻高且厚，再加上颧高浓眉，天生就是得势顺水之相。还有，您在蒲城最大的厂子，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恐怕几乎是天天都在装修，无论是楼梯还是房间，总之没有停过。这是为什么？因为您的家乡话中，装修的谐音为装修，连这点小细节。” 您都不放过，你还说自己不信风水？沉默无比笃定道：“这些自然是上一世何红火去世之后，沉默在市面上买的《何红火传》中读到的。在二十年后，这些都不是什么秘密了，在网上随便查都能查得到。不过现在，除了何红火外，没有第二个人知道。我”我何红火还想反驳，沉默直接不给他开口的机会。你当年在朋友引荐下，认识了一名风水大师，并觅得远照坟场此地，认为风水极佳，福泽后人，子孙繁衍，富甲一方。 名成利就，的确何氏家族成员至今，无论地位及财富，均举足轻重，乃祖坟所在风水家地之功劳。呼哧呼哧呼哧，电话那头传来了何红火大口大口的喘息声。这一刻，何红火内心无比震撼，如同天崩地裂一般的震撼。连他家祖坟的事儿，沉默都说的丝毫不差。这件事还要追溯到他父亲还在世的时期，几乎是五十年前的事儿了，连他的记忆都有些模糊了。本来就特别迷信的何红火，此时已经信了沉默八成，而此时。 沉默又来了一剂猛药。何先生，您最近身体欠佳，为了能够保平安，达到续命的作用，动用一切资源和力量，找了不少有名的风水大师来为他做法事，向天借命。我说的对吗？沉默淡定道：“先生神算，何红火服了。”何红火颤声道。紧接着，何红火急忙道：“先生，请问您有何方法能为我续命吗？有什么方法？早睡早起，少熬夜，多锻炼身体，有病去医院看病。但话不能这么说啊。”沉默还得接着忽悠我推演出何先生。 您最近流年不利，要遭两大难：一难为寿难，不渡此难，性命堪忧；一难为财难，不渡此难，钱财散尽。故此，我寻得何超林小姐，与您取得联系，为您渡劫解,解难。何红火狠狠点头道：“那我该如何去做？财难简单，就按我吩咐何超林说的去做即可。至于寿难，沉默沉吟片刻后，认真的忽悠道：你需要立一个活死人墓来欺骗地府阎罗，达到延寿的目的。另外，你需要七星灯续命。” 七星灯又名续命灯、招魂灯，为上古道门法术。招魂灯自商周年代开始就一直流传下来。在历史上，七星灯为自己续命的有两人，一人是三国时期诸葛亮，另一人是明朝的军师刘伯温。这两招其实是何红火在晚年事情用过的招数，据他本人回忆，很管用。用完之后，他就感觉自己的身体好像回春了一般，然后二十年没再生过大病，直到死去。反正管不管用的，陈默把他上一世用过的招数当成自己的招数再传给他就是了。 准没错，好，我会全部按先生吩咐的去做。何红火狠狠点头。之前他查阅古籍，其实就找到过活死人木延寿与七星灯续命的案例，但一直没敢尝试。现在陈默突然提起这两招，何红火更加相信陈默是上天派来拯救他的大师了。顿了顿，何红火道：“陈大师，您帮了我这么大的忙，需要我为您做些什么吗？”陈默摇头道：“我帮你只是为了报何先生上一世的恩情。好了，今天我泄露了太多天机了，不能再多说了，切记切记。” 一定要按我说的去做，否则灾难将至。说完，沉默果断挂掉了电话。他当然想提一些条件什么的，可这样会引起何红火的怀疑。电话挂断之后，何红火久久不能平静。白龙王，他点燃一支雪茄，却没有抽，直到雪茄熄灭，也浑然未知。良久，何红火把何超灵叫了过来，询问道：“玲玲，你与沉默关系如何？只见过一面。”面对何红火，何超灵不敢撒谎。那他为什么选你来助我渡劫？何红火问道。啊，渡劫。 何超林压根都不知道有这回事，只能硬着头皮说道：“可能是因为他喜欢我吧。”“哦，陈先生多大？看样子好像刚毕业的大学生，这么年轻吗？”何红火心中一惊，明白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何红火继续道：“陈先生有指定说要我买哪些医疗股票和期货吗？”“没有，他说只要是瘟疫相关的股票或者期货都可以，买什么您自己看着办。”“那线上博彩这个更简单了，就是开设一个网站，把线下博彩的玩法放到线上，通关网银转账的方式。” 让客人足不出户就能在家玩，成本几十万都用不了。何红火彻底没有疑虑了。不指定股票和期货，只要何红火选择一些稳健的股票和期货，就算亏也亏不了几个钱。至于线上布局，只是他一句话的事儿，只是会分流一些线下的客人而已。怎么算？何红火都觉得陈默没可能是骗他。于是何红火深吸一口气，开口道：“把何家高层都叫过来，我要召开家族会议。第章”第一百七十五章倒打一耙。何家别墅会议大厅。 何家高层全部到齐，何红火直接将沉默的建议说了一遍。当然，他说是自己想这么做的。结果，此建议一出，直接一片反对声。爸，谁给你出的馊主意？现在咱们手里的股票涨势很猛，现在出手，那不亏大发了吗？医疗相关的股票与期货，尤其是瘟疫相关的，这几十年了，一直都是在走下坡路。您要是买了这些，不全得套进去吗？线下博彩业正在蒸蒸日上，我们坐拥蒲城最大的合法博彩牌照。 为什么要去搞什么鬼线上博彩？那跟打电子游戏有什么区别？谁会去玩？况且现在外面的舆论对我们何家非常不利，现在瞎搞这么两手，肯定会影响到何家其他生意。何红火眼睛微眯，看着这些人，他知道这些人都是何家的既得利益者。目前的股票与期货，还有线下博彩业的收入，他们能得到很大一部分的分红。如果现在来了这么两手，等于是在从这些人的嘴里抢肉吃。何红火扭头看向何超玲，淡淡道：“玲玲，这件事你怎么看？”何超玲娇躯一颤。 心脏狂跳，何家高层会议，他是第一次参加。现在何红火又点名让他发表意见，很明显是非常看重他。我认为何家的却应该做出改变了。第一，咱们手上的金融产品虽然一直稳赚不赔，但是利润连年降低，若不改变，等于是温水煮青蛙，赔钱是迟早的事。第二，我觉得未来一定是互联网的天下，说不定未来人们的娱乐方式就是通过网络了呢。线上博彩，我认为是非常必要的。何超林沉吟片刻，开口道。 何红火意外地看了一眼何超灵，他没想到自己一直不看好的小女儿，居然在生意上有这样的远见。你胡说八道些什么啊？二哥何超胜不满地看向何超灵。瘟疫相关的股票能赚钱，线上博彩能赚钱，我看你是脑子进尿了。何超灵，你懂什么叫股票吗？你懂什么叫博彩吗？你什么都不懂，在这瞎指挥什么？三哥何超神笔一道这两人与何超群走得最近，也是这两块业务最大的既得利益者。现在何超灵要动他们的蛋糕，他们当然不乐意了。再说了。 何超林在他们眼里一直跟家里的下人没什么区别。闭嘴！何红火怒斥一声，紧接着起身道：“这件事就按玲玲说的去办。”等何红火一走，何超神直接走到何超林面前，啪，重重的一巴掌抽在了他的脸上。去了一次内地，不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了是吗？记清楚自己的身份，你不过是个外国女人生下来的。这何家永远没有见人说话的份，听懂了吗？言罢，何超神对着何超林脸上狠狠吐了一口浓痰，拉着何超胜扬长而去。 嘴角溢着血，头发散乱，坐在地上的何超灵，此刻指甲已经嵌入了掌心。我要出头，我一定要出头，我要让这些年来受到的屈辱十倍返还。何超林开始在脑子里疯狂思考了起来。如果真如沉默所言，那么就算他照做了，何超胜、何超神和何超群恐怕也很难被打压下去。想要彻底扳倒三人的联盟，只有让何红火对三人彻底失望才行。这么思考着，何超林脑子里突然有了一个非常冒险的想法：不成功，便成人。 何超麟狠狠地攥紧拳头，眼眸中闪过一丝狠色。蒲城的鼠疫还有两天才会爆发，而帝王那边也需要动工一段时间才能下手。闲来无事，陈默就负责起了接送妹妹陈小野的工作。这天早上，陈默起晚了点，因为省城的交通特别差，为了不耽误陈小野上学，就带他坐公交去了学校。因为公交有专用通道，陈小野现在上的幼儿园是省直属幼儿园，来这上学的全是达官显贵的孩子。陈默也是托了熊志文的关系，才让陈小野能来这里上学。 幼儿园门口车子不少，其中不乏奔、马、奥这样的豪车。像陈默这样坐公交车来的，在这群人中显得特别扎眼。带着陈小野来到幼儿园门口，一群老师已经在那等着了，都是些二十来岁的小姑娘，省师范刚毕业考到这里来的。有几个身材气质都挺不错的，尤其还穿着老师的职业装加黑丝，这不免让陈默多看了两眼。门口站着一个女人，看上去三十多岁的样子，身边带着一个小男孩，跟老师在那颐指气使的说着什么。那个老师点头哈腰的连连鞠躬道歉。 陈默一看就明白了，能让省直属幼儿园的老师这么低三下四的，那身份绝对不小。走到门口，陈小野很是乖巧地冲着老师问好，然后介绍道：“老师，这个是我哥哥。”老师好。陈默微笑着打招呼道。女老师打量了一眼陈默，没理他，扭头道：“园长，陈晨妈，小野的哥哥来了。”刚刚对着老师颐指气使的女人开口道：“行了，主责任人来了，以后啊，再有这种小事，你们先调查清楚好吗？别动不动就叫我来，我工作有多忙，你又不是不知道。” 陈默闻言皱眉看向了陈小野，小野，你是不是闯祸了？没有，昨天是谢李龙跟王晨他们非要让我跟他们一起玩，我不想，他们就骂我。后来王晨自己玩着的时候摔了一跤，他非说是我弄的。陈小野手舞足蹈的说着，整个人委屈巴巴的，眼睛里已经蒙上了一层雾气。王晨妈直接怒气冲冲的走过来质问道：“你们家孩子什么情况啊？我儿子不跟你家孩子玩，他就打人，你看看把我儿子给打成啥样了！”陈默顿时懵了，倒打一耙。第一百七十六章，有种放学别走。 沉默检查了一下叫王晨的小男孩，发现他身上很明显就是摔伤，而且就擦破了点皮而已，已经结痂，没啥大不了的。这事儿我刚刚问我妹了，是他自己摔的，跟我妹没关系。沉默道。女人一听这话，瞬间脸色一沉，呵斥道：“你那意思就是我儿子诬陷你妹妹喽？诬陷不诬陷的我不清楚，反正我知道我妹妹不会撒谎。嘿，<Hey, S 1> 你还敢嘴硬？”女人顿时面目狰狞了起来，撸起袖子指着沉默的鼻子骂道：“你以为你算老几啊？把我孩子弄伤了！” 居然还敢诬陷他撒谎！知道我老公是谁不？信不信他一个电话直接扒了你的皮？园长走了过来，把陈默拉到一旁，劝说道：“她老公来头很大，不好惹的很。你呀、啊，赶紧给人道个歉，服个软。”陈默顿时怒极反笑道：“我妹妹被诬陷，你不说为她撑腰，反而要我道歉？她老公不好惹，你那意思就是我好惹呗？感情你们幼儿园还见人下菜是吗？你冲我嚷嚷什么啊？人家现在认定是你妹妹打的，而且还有其他小朋友帮忙作证。再说人家什么身份？” 你什么身份？人家用得着撒谎诬陷陈小野个农村孩子吗？园长面带讥讽道：“坐公交来的就别觉得自己是开大奔的大爷，没那命，装什么呀？”陈默知道幼师行业良莠不齐，却没想到自己能遇到这么个极品。看到自己坐公交车来的，就觉得老子低人一等了。照你这么说，我要是开兰博基尼超跑来，你得跪着迎接我喽？陈默道：“你要真开得上，让我跪着迎接你也没问题啊。你也别怪我针对你，人家有钱，身份来头大，一个不高兴。” 就能让你妹妹滚出这个幼儿园。我让你道歉是为你好，懂吗？园长不屑道。沉默点点头，冲着王晨妈说道：“你老公很牛是吧？反正我现在再怎么解释也没用。你现在就认定是我妹干的，对吧？”“那肯定的呀，人家别的孩子都帮我儿子作证了，肯定是你妹妹干的。”“我告诉你哈，今天你要是不道歉，别怪我不客气。”女人叉着腰，高高在上的态度斜视着陈默。“怎么个不客气法？”陈默反问道。“呵呵。”女人扭头看向园长：“陈小也打我儿子，我要求开除他。” 听到了吗？人家要求你道歉了，赶紧的吧，否则开除陈小野。园长冷冷道。我沉默直接爆粗口了。嘿，hey, 你还敢骂人？行，有种，傍晚放学的时候再来这儿啊！我老公弄不死你。女人指着沉默叫嚣道：“别在我面前装社会人，你根本不知道真正的社会人有多狠。”好好好，连说了三声好，沉默忍住心中的怒火道：“傍晚放学，谁不来谁算。”说完，沉默抱起陈小野就往公交站牌走。哥，今天不用上学了吗？今天放假。 等下我放学过来，这个你哥我装定了，气死我了！怎么会有这么不讲道理的家长？陈默气呼呼的道：“不气不气，哥哥不气。”小野给你顺顺气，不气了，不气了，烦恼全都跑掉了。陈小野伸出肉乎乎的小手，轻轻的抚摸着陈默的胸口，为他顺气。陈默心中一暖，将陈小野放在自己的脖子上，背着他。路上的时间很长，陈小野迷迷糊糊就睡着了。小野知道吗？哥哥发过誓，这一世我绝对不允许任何人欺负我的家人。谁敢欺负你？ 我拼了命也要弄死他！沉默嘴里喃喃道。等回家吃过中饭之后，沉默打了个电话给刘华强：“强子，你在哪里呢？骑电动车去买瓜的路上呢？咋啦哥？我这边出点事，一个泼妇诬陷我妹妹打她儿子，还叫嚣着约我下午放学比比排场。我不管你们用什么办法，反正今天这个面子不能丢了。”电话那边顿时热闹起来，除了刘华强之外，全都是唯恐天下不乱的角色。刘华强的兄弟刘华健抢过电话说：“哥，你说吧，想整多大的景？”沉默道。 整多大我不管，反正要让我妹妹有公主的感觉。第一百七十七章比排场。放下电话，刘华强抽了根烟，挠着自己的平头道：“公主的感，莫哥这要求也忒高了吧？”刘华健不屑道：“可，这有啥难度啊？咱每天晚上不都见吗？前天你还点了二十个陪你唱歌呢，结果全被你给唱吐了，记得吗？”我去你大爷的！刘华强一巴掌拍在了自己弟弟的头上，骂骂咧咧道：“那是莫哥的亲妹妹，你按公主的待遇来，他不弄死你，我先弄死你！”刘华健捂着头吃痛道：“哥。” 我大爷不也是你大爷吗？你再敢犟嘴，信不信我拿刀削你？刘华强从电车上抽出西瓜刀，吓唬了一下刘华健。刘华健急忙摆手，笑道：“哥，我信。其实吧，这事儿也简单，我在电视上都看过。那外国公主出行，无非就是汽车好点，保镖多点，穿的衣服富丽堂皇了点。咱呢，就整个中西结合，加长版豪车租一辆，给莫哥妹妹整一身公主穿的衣服，然后再搞一对太监宫女在前面迎驾，这不齐活了吗？”刘华强眼前一亮，一拍脑门：“老弟。” 咱爸说你打小就聪明，看来不是假的。宫女的话，找找咱兄弟的妞儿，然后再找上几十个技师过去就够数了。太监的话，除了你，咱这群兄弟没有那么缺乏阳刚气的呀、啊。大哥，讨厌，人家是纯爷们。刘华健立刻反驳道。一旁的一个名叫沈景斌的小弟终于听不下去了，开口道：“哥，你要整那么多技师过去装宫女，我怕骚气熏天，把莫哥给活活骚死。我觉得还是全老爷们上吧，咱们拉上二三百兄弟，打扮的拉风点过去，应该行。”刘华强拍着脑门道。 二三百，你神经病啊！那也忒寒酸了。公主出行，起码整个六百六十六、八百八十八的吉利数。这个好办，咱们这儿最不缺的就是人了。刘华见道，服装呢就全部统一，搞电视上那种黑西服、黑墨镜。除了我长得比较帅，不用戴墨镜外，你们这些歪瓜裂枣的都给我把墨镜戴好，别把墨哥的妹妹吓到了。刘华强道。所有人鄙夷的看着刘华强，这里所有人就刘华强眼睛最小小的，跟耗子一样，他居然是唯一一个不戴墨镜的。没意见的话，就开整。 言罢，刘华强从口袋掏出一面小镜子，自恋的道：“我这该死的颜值啊，太好看了，我简直就是阎王。”众人全都站了起来，打电话的打电话，找人的找人。同时，本地的租车市场再次迎来了大单子，所有豪车都被清洗了一遍。家里，江燕把做好的饭端上桌。上午幼儿园给他打电话，把事情简单的说了一下，无非就是对于陈小野的劝退处理。江燕这才知道，陈默大清早的送孩子上学，结果根本却跟人对了一顿，还把陈小野给搞退学了。耐着性子。 等沉默把饭吃完，江燕才急忙问道：“默默，幼儿园出什么问题了？我就休息了一天，你咋就搞出这么大动静来？”沉默道：“对方的错，诬陷小野打人，还非得让我道歉。哎，这都什么人啊？咱必须要个说法，不能委屈了孩子。”江燕道：“妈，你放心吧，我都安排好了。”沉默道：“你安排好什么了？”江燕问道：“他约我放学后比比排场，我就找了点人撑场子，保证给他安排的妥妥的。”沉默道：“这……”江燕有些担心道：“默呀，你不要闹太大。” 有什么事儿好说，咱是去跟他讲道理的。妈，你知道我跟这种人最大的区别在哪儿吗？那就是我和他们好好说话，他们却以为我好说话。这人啊，有时候该高调的就得高调点，不然有些人总觉得你好欺负。等会儿咱一起去，也让幼儿园的那些老师认识认识你，省得以后出了事儿他们帮着外人。沉默道，江燕还想说什么，不过她知道自己儿子现在身份不一样了，一言九鼎，她劝也白劝。下午四点半，幼儿园即将放学，这里基本上每到放学的时间就会堵车。 年的省城基本上有车的家庭都不多，更别说发生堵车的事件了。然而，这个幼儿园门口就有几十辆豪车在这堵着。这里是全省城富豪聚集的地方，而且来接孩子的大部分是男方，因为这里幼儿园的老师都是长相身材一流，不仅能歌善舞，还有会吹笛子、口技等绝活的，并且都是名牌大学毕业的高材生。私下里，不少大老板都想来这人挖墙脚。每次幼儿园文艺演出，负责拍摄的爸爸们总算忽略自己的宝贝儿女。 把镜头对焦在台下跟孩子一起跳舞的老师身上。嚯、哦，这是哪位大佬啊？居然开车队来接孩子！开头的那是啥车啊？不认识啊，大奔。我去，那是玛莎拉蒂，豪车呀、啊！您能开玛莎拉蒂，那绝对是佼佼者。而且跟在这后面的车全是奔马、奥这个级别的中配车，整整十五辆豪车一字列队，缓缓开来，顿时吸引了不少人驻足围观。玛莎拉蒂停在幼儿园门口，走下一个打扮新潮。 却长相尖酸刻薄的女人，脸上带着傲气，颐指气使道：“哼，跟我比排面，老娘今天就让你知道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排面。”园长呢？园长急忙跑了出来，陪着笑脸道：“陈晨,晨妈来了呀，我上午跟陈小野的妈打过电话了，通知她孩子已经被劝退，学费不退。您要是需要赔偿，咱们可以商量着来。”我是差钱的人吗？一名中年男子走了下来，看样子四十多岁，身材微胖，不苟言笑，身后跟着五六个保镖模样的壮汉，好不威风。园长，告诉我。 推我儿子，骂我老婆，还倒打一耙的男的在哪呢？敢在我面前耍威风，活腻歪了！男子昂首挺胸不屑道：“第一百七十八章，你输了，说怎么道歉吧。哎呦”哎哟张总，多大点事啊，您还亲自跑一趟？园长满脸陪笑道：“这样，我马上把陈默家的住址给您，这跟我们幼儿园真的一点关系都没有，没必要。他不是约我放学在这儿等吗？那行呗，我倒要看看他能有多牛。”王晨妈妈傲然道。四周过来接孩子的都炸锅了，一群人纷纷三五成群。 指指点点，议论纷纷。这人谁啊？张总，搞房地产的。西城区那块儿十几个小区都是他公司开发的呢，据说一年能赚五六个亿呢。这么厉害的吗？再厉害不也就是个商人吗？咱们这些人，谁家男人不是铁饭碗？就算一个月赚两千，也比他强。你可别扯淡了，跟人家张总一起吃饭的，都是你们家男人的顶头上司。而且啊，张总的叔叔还是省土地司的副司呢，你们能比吗？行了行了，不是比这个的时候。这是谁得罪张总了、啊？听说是陈小野的哥哥。 就是因为孩子打架，这不掰扯起来了哦。陈小野啊，我知道，全幼儿园唯一一个农村户口。开学的时候我就说了，这种农村人都是盲流子，没素质的很。就是就是，正好这次有机会了，让张总把他给整治走，对咱们孩子也是好事。众人叽叽喳喳的说着，每个人的脸上都有说不清的优越感。在场的不是有钱人，就是有个端铁饭碗的老公，他们是这个城市最顶尖的那一小撮，平时走到哪都是抬着头。另一边，陈默看时间差不多了。 打电话给刘华强，你那边准备的咋样了、啊？哥，都准备好了，就我们这阵仗，绝对全打南山敬老院，脚踢北海幼儿园。刘华强调侃道：“嗯，行，出发吧。”陈默挂断电话，扭头对江燕道：“妈，准备好了，咱们走吧。”江燕还想劝两句，但是张了张嘴，最终没出声。算了，现在陈默是家里的顶梁柱，他说啥就是啥吧。因为超跑只有两座，陈默只能临时找了辆大奔开着。路上，陈默还对陈小野道：“妹，哥今天想教给你一句话。” 叫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虽远必诛。咱是农村人，淳朴善良，咱不会主动欺负别人。但是别人要是敢主动欺负咱，那就给我往死里整他！记住了，从今天起，哥就是你最坚硬的后盾。只要不是你有错在先，你搞出多大的事儿来，哪怕把天捅破个窟窿来，哥都能给你兜着。陈小野似懂非懂的点了点头。幼儿园门口，此时已经是五点钟了。宽敞的道路两旁停满了车，前来看热闹的人头攒动。张总看到这么多人对自己议论纷纷，尤其听到不少人知道。 他有钱有势，脸上不免多了几分得意。这个叫陈默的还不来啊？估摸着就是个嘴强王者。不过他真以为放了老子的鸽子，这事儿就算完了？张总大声嚷嚷着，生怕别人听不到。敢惹我张凯的人，还没出生呢！园长，把他地址给我，我要去他家找他。对了，在场所有人都听好了，王晨是我儿子，不用怀疑。我随我妈姓。回去之后告诉你们的孩子，幼儿园见到王晨都给我放尊敬点，否则以后别想在这个幼儿园混下去。 这话可谓是嚣张至极。虽然所有人内心都十分不爽，但谁让人家有钱有势呢？张总，这是陈默家的地址。这事儿是我们不好，没及时对陈小野进行劝退处理。园长满脸堆笑道。顿了顿，园长扭头招呼来一个女老师：“小舞，还不快给张总道歉？”张总，这是陈晨,晨的班主任霍武。一名二十多岁出头、长相甜美、梳着俩长辫子、身材高挑的美女老师走了过来，冲着张开甜美的一笑，鞠躬道歉。张凯心都快融化了。 哪还对幼儿园有半分火气？嗨 <Hi>，园长，您这话说的，孩子调皮跟咱幼儿园有啥关系？对了，霍老师，这是我的名片。嗨嗨 <hi>，张凯老婆脸色瞬间耷拉了下来。您大人有大量，别跟那些农村人一般见识。我今天打电话过去骂陈小野妈，他在那唯唯诺诺的，连个屁都不敢放。他们是不知道晨晨是您的儿子，要是知道，恐怕早就道歉了。园长笑着道：“您看，那个叫陈默的牛皮吹得多响亮，现在呢，人都不知道躲哪儿去了。”您。 谁说我躲起来了？此时，一道声音响起，一辆大奔的旁边出现了沉默一家三口的身影。老公，就是他！张凯老婆恶狠狠地指着沉默。张凯左右看了一下，顿时不屑地笑道：“好吗？牛皮吹得那么响，我以为你能有多大排场呢？感情就搞了一辆破大奔过来了？”张凯老婆也比一道：“格局可真是够小的呀！不过也是，就你这种农村人，能有什么见识？开个大奔，估计就觉得自己是人上人了。哎，可惜啊，这就是我平时买菜开的车而已。” 张凯指了指自己的身后，仰着头傲然道：“看见了吗？一个车队全是我的，十几辆车，最垃圾的也比你开的这辆值钱。你呀、啊，没钱就别出来丢人现眼了，还跟人比排场。”呵呵。就连王晨本人也走了出来，对陈小野道：“这就是你不陪我玩的下场，看我爸怎么教训你。”略略略。陈小野有些害怕的在江燕怀里缩了缩：“妈，我怕。”小野乖，别怕，妈在这儿呢。扭头，江燕对陈默道：“默呀，要不你服个软吧。” 我看那些人好像不是好人，黄头发、鸡窝头、青皮纹身的，可能是街溜子，咱别吃亏喽。妈，你放心吧，等我叫的人过来了，你就知道什么叫不是好人了。沉默笑着道：“跟刘华强那种长相的人比，眼前这群人简直太像好人了。”行了，沉默，排场你比输了，说吧，怎么个道歉法？下跪叫爹，学狗爬，还是我吐一口痰，你用嘴接着？张凯不耐烦道：“嗡嗡嗡！”就在此时，几声发动机响声冲天炸响。 这群崽子终于来了。沉默淡定的点燃一支烟，笑着喃喃道：“第一百七十九章是临时工干的。”远处尘土飞扬，打头的是三辆超跑，全是兰博基尼那个级别的，后面则是一辆加长版的劳莱斯，跟外国皇室出行用的是同款。再往后，则是一眼望不到头的奔马奥、哦。打头的车，两道雪亮的灯光发出光柱，刺破了黄昏。随着三声威严的喇叭声，吱呀一声停在了学校门口。从车上跳下来两个身材高大，穿全套黑西装。 黑超墨镜、佩戴耳麦的彪悍男子，那种气质一看就是江湖人士。老公，不就帮咱儿子撑个场子吗？至于叫这么多人过来吗？张凯老婆撇着嘴，貌似埋怨，实则脸上早已笑开了花。而张凯则心里纳闷：我没掉车来啊，这还只是开始。紧接着，后面数百辆豪车齐刷刷的全部开门，上千个统一着装的壮汉，一水的黑西服、黑墨镜，戴着耳麦，腰上挂着对讲机和强光手电，右手上拿着强力棒，正宗的保镖打扮。他们分成两排。 开始把人往路边上赶，一边赶还一边厉声喝道：“后退，都往后退！”随着人群被往后赶走，幼儿园前面就显得尤为空旷了，就剩下陈默和张凯两家人，还有幼儿园的工作人员了。很快，那辆加长版的劳斯莱斯缓缓驶入，停在了幼儿园门口，显然是来接人的。哎呦，还是张总厉害啊！这阵仗，我这辈子都没见过啊！啧啧啧，这起码得有三四百辆豪车了吧？反应过来后，园长立刻一记马屁拍了上去，其他人也都反应过来了。 人群皆是兴奋的议论纷纷起来。这个张凯可真有本事啊！这排场真大，那可不，比省府一把手去我老家探视的阵仗都大。这得来了一千多人吧？全是保镖？不对，那是我的妈呀！那不是刘华强吗？真的是刘华强？他怎么给人当保镖了？刘华强是什么人物？在省城的地下，刘华强可是能名列前五的存在，这妖牛的大佬，居然给人当保镖！刘华强、刘华健、凡哥、小帅等人挺直腰板，杀气腾腾的朝着陈默这边走来。 哥哥，我怕。陈小野拽着陈默的衣服不撒手，脸上掩不住的慌张，如同受惊的小鹿一般惹人怜。不用怕，往前走，哥就在你身边。陈默鼓励道。众目睽睽之下，陈默拉着陈小野的手走上前。刘华强也非常给力，直接一摆手，两排社会人扮演的黑超保镖们两手交叉放在小腹上，面无表情的站在车门口。刘华强、刘华健、凡哥、小帅等，这可都是响当当的人物。他们跺跺脚，江北地下都要大地震。 张凯此时已经察觉到了不妙，这些人绝对不可能是看自己面子来的。正在这时，刘华强打了个手势，现场一千人齐声暴喝道：“莫哥好，大小姐好！”声音震天动地，几乎要震破苍穹。吼声在整个街道回荡了数分钟，方才停下。这些人居然是陈默叫来的，张凯一家子惊呆了，幼儿园,园园长惊呆了，江燕惊呆了，现场有一个算一个，全都震惊到了无以复加。陈小野哆嗦的抬头，手足无措的看着陈默。陈默拍拍陈小野的肩膀。 鼓励他，小野不用怕，这些叔叔都是哥哥的朋友，来给你撑场子的。刘华强笑眯眯地走上前来，打招呼道：“这位是阿姨吧？阿姨您好，鄙人刘华强，您叫我强子就行。”江燕打量了一下刘华强，脱口而出道：“果然跟默默说的一样，没有一点好人样啊！”刘华强，江燕意识到自己说秃噜嘴了，赶紧捂住嘴巴，然后讪讪地笑着道：“阿姨刚刚开玩笑的，虽然强子你长得丑了点，但是阿姨能看得出来，你是个好人。”刘华强：“不是，不是。” 阿姨不是那个意思，你不丑不丑的，就是说话的时候啊，别老闭着眼睛，把眼睛睁开，这样就会很帅气了。江燕赶紧道。刘华强都快哭了，好气啊，但是还要保持微笑。阿姨，这就是我睁开眼睛的样子，我眼睛是有点小。刘华强微笑着道，笑容比哭还难看。江燕，他干脆不说话了。张凯此时已经看傻眼了，掉过头小声朝自己老婆问道：“你不是说那人就是个农村来的穷吗？而且连车都没有，还是坐公交来的？确实是坐公交车来的啊。” 你怕什么啊？不就是叫的人多了点吗？摆阵势谁不会啊？张凯多多少少也了解点地下的事儿，对于刘华强这个人也有些了解。一般人怎么要是说刘华强长得丑、眼睛小，早被他一西瓜刀劈成两半了，更别说还把他当保镖使唤了。陈默拉着陈小野的手，身后跟着刘华强等上千人，气势十足的走到王晨妈面前，开口道：“比排场，你们输了。按你刚刚说的，你们想怎么道歉吧？”王晨妈立刻气愤的看向了张凯，老张。 你说句话！张凯一咬牙，走上前道：“别以为人多就阵仗大了，老子叫一个人来，秒杀你们这一群喽啰！你说谁是喽啰呢？是不是找萧刘华强？”立刻不满的上前，指着张凯的鼻子骂道。沉默拦住了刘华强，淡定的对张凯道：“叫黑的白的，你随便叫，我沉默都接着。”好，你等着。张凯立刻拨了一通电话出去：“喂，是，是我小凯。晨晨在幼儿园门口遇到了点麻烦，能不能麻烦您带人过来帮忙解解围？”哎哎，好好。 谢谢叔叔。在张凯打电话的时候，陈默扭头看向了园长，开口道：“你上午给我妈打电话，让我妹妹退学，还说学费不退，是吗？”园长面色尴尬极了。他只是想讨好一下张凯，毕竟人家叔叔是土地司的领导，为他得罪个普通人家很无所谓。可现在看来，对方怎么可能是什么普通人家？这排场一比，张凯才像是普通人家。没有没有，应该是我们学校的临时工打的。陈默，他是万万没想到，两千年的时候，临时工就开始背锅了。 第一百八十章，高明远前来。我知道你为啥讨好张凯，因为他有钱，还有个亲戚。不过我再放一句话，我一个电话下去，就能让你卷铺盖滚蛋。陈默其实很反感以势压人，但有时候遇到一些势利眼，你不得不比他更势利一些。就在陈默跟幼儿园园长交流的时候，一辆车停在了幼儿园的门口，从上面下来一个夹着公文包、梳着油头、戴着金丝框眼镜、国字脸的中年男子。男子不怒自威，气场很大。 举手投足之间都有一种上位者的气息，在他的身后还带着几名穿着印有“土地”字样的工作人员。叔<说>，张凯见状立刻眉开眼笑的迎了上去。张凯的老婆也赶忙迎了上去，态度无比谦卑的道：“叔，您可来了，我们快被人家欺负死了。”王东摆摆手，扶了扶眼镜道：“我都听小凯说了，放心吧，有我在，没有人能欺负得了你们。”张凯两口子听完立刻点头哈腰的感谢了起来，就连王晨都傲然挺胸的走到陈小野面前道。 看见没？那是我三爷爷，他可厉害了，是土地司的副司呢。张凯走到陈默面前道：“小子，人多又如何？我输一人，能顶你千人、万人。”刘华强这一刻也不敢开口了。他们这一行的人最不敢招惹的就是王东这样的大佬。王东也没多说什么废话，带着自己的几名手下走到陈默面前，开门见山道：“一会儿我市里还有个会要开，就别耽误时间了，马上给我侄子赔礼道歉。另外，把你请来的这些乱七八糟的社会人全撵走。什么玩意啊？” 一个个打扮的不伦不类的，看着就心烦。陈默冷眼看着王东道：“王东是吧？省土地司副司是吧？别以为有份好工作就了不起了，信不信我一句话就能让你丢了工作？吹什么牛皮呢？你认识再多社会人能怎样？他们还能管得了土地司？”张凯忍不住叫嚷了起来：“开什么玩笑？你以为自己是谁啊？全省城唯一能一句话让自己叔叔丢了工作的人，只有高明远一个。而高明远是绝对不可能认识跟刘华强这种痞子混在一起的农村人的。”王东也笑了：“年轻人，吹牛不打草稿啊！” 韩啊，来来来，我给你一次机会，我看看你怎么让我丢了这份工作的。沉默也不含糊，走到一旁，直接拨通了高明远的电话。高司有点事的，麻烦你来一趟。王东和张凯在一旁都戏谑的笑了起来，装，接着装。估计待会儿沉默就会说自己认识的人没接通电话，或者说人家太忙了，来不了。这种人就是死要面子活受罪。十分钟，二十分钟，半小时，王东耸耸肩,肩膀，嘲讽道：“给你机会，可惜你没那么大的脸啊。”就在这时。 一辆老式的国产车停在了幼儿园门口，从上面下来一名火急火燎的人影。当他下了车，首先看到了王东。高明远一愣：“王东！”王东看到高明远，顿时面露喜色，故意大声叫道：“高司，你来这儿接孩子吗？正好，这儿有位朋友说，他一句话就能让我丢了工作。我寻思着，这偌大的省城，除了您，好像还没人有这么大本事。您说是吧？”沉默看王东满脸洋洋得意的样子，仿佛抓了自己的小辫子，忍不住笑了起来。而高明远的脸色。 却已经阴沉到了极点。啪！高明远一巴掌扇在了王东的脸上，怒斥道：“混蛋！谁让你招惹陈先生的？”“陈陈先生！”王东脸上难以置信，瞪大了眼睛打量了一下陈默。陈先生是江北首富，来省城搞投资的。高明远道：“哗！”在场所有人一片哗然。他就是江北首富陈默，我听说过。前几天就是他跟楚向东争帝王，据说最后钱都加到六十五亿了。我的妈呀！那岂不是说他有六十五亿？他好年轻啊！ 才二十多岁吧，别说是王东，在场所有人都是一惊。最近一段时间，省城最大的新闻是啥？帝王争霸呀、啊！楚向东被江北首富逼着多花二十五亿拿地的事儿，已经在省城传疯了。所有人都猜测，能在楚家联合蒲城何家的打压下，还能不落下风的沉默，到底是何方神圣？没想到，居然就是眼前的这个年轻人！怎么能不震惊？张凯呆立在了当场，他赶紧整个人都有些僵硬，不敢置信地看着沉默，心里不断告诉自己：假的，都是假的。 一定是在做梦。然而打了自己几巴掌后，却发现这并不是梦。张凯老婆却十分不爽道：“江北首富怎么了？江北首富家的孩子就能随便打人了？你给老子闭嘴！再多嘴一句，老子跟你离婚！”张凯额头青筋凸起，快被自己老婆给气死了。眼前什么情况？你看不明白吗？连他叔叔王东都被打脸了，居然还在这儿叫唤！张凯连忙看向陈默，露着笑脸，主动弯下腰，伸出手道：“哎呦，陈先生，你看看，这不是大水冲了龙王庙吗？误会都是误会。” 王东更是主动掏出一包烟，递给陈默。众目睽睽之下，低眉顺眼的为陈默点烟，这样子看得众人是瞠目结舌。好歹也是省土地司的二把手啊，这姿态放的也太低了吧？陈先生，你看，这之前都是误会，回头我做东，请您吃饭，这件事就这么算了，可以吗？都是误会吗？王东陪笑着道。在他看来，他都这么放低姿态了，陈默区区一个商人，怎么也不好再计较下去了。请我吃饭，你也配？马上让这小崽子给我妹妹道歉，然后退学滚蛋！ 以后不要再让我在省城看到你们一家子。王晨拉着母亲的手，不忿地道：“妈妈，我不要道歉，是他先推我的，我没诬陷他。好儿子，不用道歉，就算他再有钱，也得讲理，不是？”王晨母亲冷冷道：“陈先生，我们不会道歉的，是你妹妹做的不对，我们有人证。”说完，王晨妈妈扭头看向了园长，还有陈小野的老师。那什么，其实的确是王晨说谎了，是他自己跌倒的。对，王晨这孩子一直心眼都很坏，专门欺负其他小朋友。 这次也是他主动去招惹小野的，我作证。不但如此，身后不少小孩也都纷纷在家长的鼓励下走上前来。是王晨诬陷小野的，我们之前都怕他，所以不敢作证。小野，对不起，我们做了伪证。小野，以后我们还能做朋友吗？陈小野顿时开心的笑道：“可以的，以后我们还是朋友。”王晨妈顿时傻眼了，她感觉自己的脸都被按在地上摩擦了，丢脸丢光了呀！第一百八十一章小嘴抹了蜜。好了，现在人证都指向是你儿子了，让他道歉。沉默出声道。 王晨妈不死心，低头柔声询问道：“儿子，告诉妈妈，到底是不是你干的？如果不是你干的，哪怕对方来头再大，妈也要为你做这个主。”本来王晨已经准备承认了，但是他妈这么一说，要面子的王晨当即改口道：“不是我干的，他们诬陷我。”好，你听到了，不是我儿子干的，我仅代表自己向你道歉。比场子确实是我输了，但是要我儿子道歉，没门儿。王晨妈抱起孩子，将张凯推到一边，朝着车上走去。陈先生，这女人就这样，头发长见识短。 您别介意啊。张凯立马点头哈腰道：“谁让你走的？”沉默淡定道：“怎么了？你还想干啥？”王晨妈扭头盯着沉默，色厉内忍道：“江北首富了不起啊，有钱就能欺负我们这弱小无助的娘俩了？你有没有良心啊？”沉默都气乐了：“弱小无助？你早上还咄咄逼人的说你家多有钱有势，还打电话给我妈逼我妹妹退学，那时候你怎么不说你弱小无助啊？再说了，我不就是个坐公交车的穷农民吗？你能有我弱？那你想怎样吧？我儿子没错，他不道歉，你还要杀了我们娘俩啊？” 你不就是有几个臭钱吗？能把我怎样？王晨妈冷笑着道：“你动我们娘俩一下试试看。”儿子，躺地上打几个滚，哭起来。王晨立刻在地上撒泼打滚的哭了起来，那动作叫一个娴熟，想来在家没少表演过这套。哎呀，打人了，打死人了，大家都来看啊！大人打小孩了！王晨妈扯着嗓子大喊了起来，现场响起了一阵嘘声。这女人如此无赖，不但让张凯脸上难堪，王东也觉得面子上挂不住了。倒是陈默看的都笑了，好吗？这娘俩去碰瓷，肯定是一把好手。 陈先生，抱歉，实在抱歉，管教不严，都怪我。张凯满脸骚红，自己恐怕在本地商界要出名了。我不需要你跟我道歉，我说了，我要的是你儿子给我妹妹道歉，我要的是一个“李字。陈默盯着他，冷冷道：“好，儿子，不许过去。”王晨妈拉住了王晨，冲着张凯怒喝道：“咱儿子都说他没干，你个当爹的难道不应该维护自己儿子吗？儿子，你放心，妈给你做主，没错就是没错，天王老子来了咱也是没错。”高明远都看不下去了，扭头看向王东。 面带寒意道：“这事儿处理不好，明天不用来上班了。”王东快被吓死了，这可是高明远啊，自己的顶头上司，而且是高家人，想弄死自己跟玩似的。他拽着张凯的袖子，咬牙切齿，一字一顿道：“张凯，让你儿子马上道歉，不道歉，你以后别想再回这个家了。”张凯都快哭了，不说陈默这样的富豪，随便在商界打打招呼都能让他不好过。就事论事，也应该让自己儿子道歉啊。张凯越想越气，走到王晨妈面前：“干嘛？你还想打我不成？我告诉你。” 咱们做父母的，为了孩子，命都可以不要。教育孩子就是要不惜一啪，重重的一巴掌。王晨妈直接被打的愣在了当场。你你打我！王晨妈捂着脸，眼看就要撒泼。不光打你，老子还要跟你离婚。你你要跟我离婚？张凯，你有病吗？就因为这点小事儿，你要跟我离婚？不跟你离婚，老子连家都回不去了。抬手又是一巴掌打了过去，女人直接坐在地上嚎啕大哭了起来。张凯没理她，愤怒的看向了瑟瑟发抖的王晨。 小屁崽子，给老子过来！王晨哆嗦着走了过去。他妈都被打了，根本不可能罩得住他。说，到底是怎么回事？是，是我自己摔倒了，诬陷陈小野的。我就是看他长得好看，想跟他玩玩。王八蛋<爸>！张凯快气疯了，就因为王晨，他们全家都搭进去了。一脚踹在了王晨的背上，王晨弱小的身子直接趴在了陈默面前，趴了个狗吃屎。道歉！张凯怒吼道：“对，对不起，我错了。”王晨哭着道。 陈小野却走上前，扶起了王晨。没关系，老师说了，知错能改就是好孩子。王晨哭得更厉害了，抽抽着道：“我我以后再也不欺负人了，小野，我真的知错了，我对不起你。”陈默满意的点点头。本来就是小孩之间的那么点小矛盾而已，都是家长非得闹腾的那么大。高明远扭头对王东道：“你回去写份一万字的检查给我，另外扣两个月的工资。”好，谢谢高司，谢谢高司。王东千恩万谢，工作不丢已经是万幸了。这边处理好了。 陈默扭头看向了幼儿园园,园长和一群老师，招了招手。园长满脸尴尬的走了过来，两手紧张的放在心前，不停的搓着。陈先生，对不起啊，我错了。别，我受不起“先生”这俩字，我就是个穷农民。你电话里怎么跟我妈说的？重复一遍。陈默看着他，神色淡然。陈先生，我现在正式给您和您全家道歉，给您带来的不便，我万分抱歉。园长赶忙九十度鞠躬，您消消火。要是早知道您是，早知道什么？难不成穷人家的孩子就活该受欺负吗？你是搞教育行业的。 要讲师德的，懂吗？懂懂。陈先生教训的是园长，惭愧的低下了头。这是第一次，要是还有下次，别说我了，就说我的这群兄弟也饶不了你。陈默说完，他身边的刘华强立刻冲着园长邪邪的一笑。园长打了个哆嗦，急忙道：“放心吧，陈先生，绝对不会。这次责任全在我，以后小野同学的学杂费全免了。另外，我会找本园最优秀的老师一对一单独辅导他，以表示我的诚意。”嗯，这事就这样吧。陈默扭头摆摆手。 一行人如潮水一般的撤回了。路上，刘华强笑眯眯的问陈小野：“小野小公主，你觉得叔叔怎么样啊？”陈小野瞪着水汪汪的大眼睛，笑着道：“叔叔可好了呢，有多好啊？”刘华强一副等着挨夸的样子。虽然叔叔长得很丑很丑，但是叔叔很善良，对小野很好很好，超级好。”陈小野天真的说道。刘华强再一次自闭了。小野怎么说话呢？陈默厉声喝道。刘华强急忙拦着：“哥，别，只是孩子，小嘴抹了蜜吗？会说就多说点，不行哥给你出本书。” 陈默抱起陈小野，亲了亲。刘华强欲哭无泪。对了，莫哥，你为什么不把那个幼儿园园长搞下去啊？看上她了？嘿，虽然稍微老了点，不过确实挺有韵味的。这种女人最知道疼人了。别胡说八道了！陈默打住了刘华强，毕竟还有孩子在这儿呢。车速这么快，不太好。我不搞下去他，是因为他知道我的身份后，小野肯定会被照顾得好好的。至于他怎么对待其他人，你以为我真的关心吗？陈默道。刘华强这才一拍脑门，恍然大悟：辞掉那个园长固然解气。 但是选择让他留下，才是对孩子最有利的。莫哥，工地那边我已经联系好人了。何超林那边怎么样了？刘华强低声问道。明天见分晓。沉默望向了窗外的南方，心中隐约有种不祥的预感。何超林真的有那么容易被自己控制吗？第一百八十二章何超林的演技。蒲城何氏大厦天台，秋风瑟瑟，已经有了一丝寒意。何小姐，您专程把我叫到这种没人的地方来，有什么事情吗？一名四十多岁，戴着个黑边眼镜。 身穿西装的中年男子看着对面的何超玲，疑惑的问道：“这男人叫韩俊，是何家元老级的人物。从何红火开始创建何氏的石化韩俊就是这里的员工。如今在何氏已经干了二十多年了，深得何红火的信任。如今他专门负责整个何家的财务部门，这可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职位。而这次何家股票与期货的操作，以及建立线上博彩，都是他来负责的。韩叔，我这次专程叫你来，自然是有好事找你。”韩俊一愣：“什么好事？我爸最近要搞的两个大动作。” 你知道吧？知道啊！超神和朝圣两位少爷已经告诉我了，线上博彩的网站已经做好了，随时可以投入使用。股票和期货也联系好了接盘的买家，随时可以卖出。韩俊道：“股票和期货不要卖，线上博彩网站让程序员把源代码删了，就当没听过这个命令。”何超林道：“韩俊的脸色当时就变了，他在何家干了二十多年，当然明白何超林这是何用意了。不行，绝对不行！这可是两位少爷亲自吩咐过的，据说是老爷的主意。” 不能出半点差错，您这样我很难做。何超林冷笑一声：“何超神、何超胜算个屁！”韩叔，你就按我说的去做，到时候少不了你的好处。韩俊摆了摆手，明显不愿意。何小姐，你们何家内部的事儿我不想插手，但是我多嘴一句，千万别忤逆老爷的意思，不然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你承担不起。言罢，韩俊扭头就要离开。今天的事儿我全当没听见，但是我不希望有下次，否则别怪我把这事儿告诉老爷。说完。 韩俊扭头就要离开，然而他刚走没几步，身后的何超林却是咯咯咯的冷笑起来。这个笑声让韩俊感觉头皮发麻。韩叔，别那么急嘛，先看看这个。何超林将一沓照片丢在了韩俊的面前。韩俊低头一看，脸色大变，转身看向何超林，突然感觉这个妖媚的女人好似魔鬼一般。照片上赫然是韩俊跟何超神的老婆搞在一起的照片。韩叔，我说你今年也快五十了吧？家庭美满幸福，妻子温柔贤惠。 女儿考上了蒲城最好的大学，全家人都以你为傲。你说，我如果把这些照片发出去，你的家人会怎么看你？你老婆会跟你离婚吗？你女儿会看不起你吗？她会在学校被人戳脊梁骨吗？何超神会不会打死你？何超灵，你别太过分了。呵呵，怕了。何超灵扭动着曼妙的身姿，走到韩俊身边，拍了拍韩俊的肩膀，妩媚的笑道：“叔，按我说的去做，帮我把何氏三兄弟扳倒。等我上位了，你也可以跟着鸡犬升天。你从创业就跟着我爸，结果现在一直就是个财务总监。” 想必也很不甘心吧？我上位了，可以提你做副总裁。何超玲穿的清凉性感，说话柔媚甜美，可在韩俊眼里，她却如同一尊魔鬼一样可怕。何小姐，老爷和少爷都那么信任我，你别逼我。声音已经没了之前的强势，显然韩俊动摇了。放心，韩叔，我不是不讲道理的人，你是有选择的，要么就按我说的去做，升职加薪；要么明天照片传得满大街都是，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何超玲用最甜美的语气说着最恶毒的话。 韩俊哪里有什么选择呀？照片要是传出去了，明天何超神就得找人砍死自己。点点头，韩俊把照片捡了起来，下楼去了。看着韩俊的背影，何超林喃喃道：“陈默，我已经把一切都压在你身上了，希望你不要让我失望。”第二天，何超林故意在何超神跟何超胜面前晃悠，还说了些阴阳怪气的话，刺激他们。何超胜脾气暴，忍不住一巴掌，再次把他打翻在了地上。等何超胜两兄弟走后，何超林赶忙又把自己弄得更狼狈了些，特意来到和红火的花园里晃悠。 怎么回事？果然没多久，何红火就来了。看到何超灵这副样子，他很吃惊。没事没事，我刚刚自己摔的。何超林急忙摆手道，样子带着三分胆怯、三分惊恐以及四分犹豫。是不是超神和朝圣欺负你了？何红火皱眉道，真不是，爸您就别问了，真是我自己摔的。何超林哀求道，摔能摔的脸上正好一个巴掌印吗？你说实话。何红火道，唉。何超林长叹一声道，爸，我怎样都无所谓，我只是怕两位哥哥。 办不好您交代的事情，这个你放心。这俩崽子就算再胆大，也不敢忤逆我。何红火道、啊。就在此时，一声尖叫刺破虚空，滋滋滋滋。紧接着就听到远处稀稀疏疏的声音越来越响。放眼望去，黑压压一大片毛烘烘的东西朝着花园袭,袭来。与此同时，江海省省城某别墅内，盘坐在床上的陈默猛地睁开了眼睛，双眼放光道：“来了。第章”第一百八十三章逼宫，何超龄的逆袭。 黑压压、密密麻麻，一大片灰黑色、毛烘烘，身上沾染着下水道臭水，散发着腐烂味道的东西不断从地下涌出。何超林定睛一看，也吓得花容失色，尖叫道：“是老鼠！怎么会有这么多老鼠？这得有几千只吧？”何红火也目瞪口呆，活了接近八十年了，他不是没见过鼠患，可是像现在这样宛如蝗虫过境一样的鼠患，他这辈子是第一次见。无数的老鼠如同疯了一样，跑到何家别墅，寻找着一切可以啃食的东西，弄得整个何家鸡飞狗跳。 同样的事情发生在了整个蒲城，数以百万计的老鼠让整个蒲城陷入了巨大的灾难之中。我明白了，我终于明白了。突然，何红火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竟然开心的笑了起来。何超林不解的问道：“爸，你没事吧？”“哈哈，何止没事，你爸我开心的很呢。”何红火眉开眼笑道。何超林一脸懵逼：“闹鼠患有什么开心的？”何红火解释道：“知道鼠患过后最大的灾难是什么吗？鼠疫，死亡率极高的一种病。我小时候……” 见过最大的一次鼠患，连这次的三分之一的规模都没有，就那样，还造成数以千计的人染上了鼠疫，死亡率高达六十。这种情况下，瘟疫相关的股票和期货，那不得如同坐火箭一样的上涨吗？我估计上涨个五六倍都有可能。而在鼠患的情况下，其他行业的股票和期货都会有不同程度的下跌。咱们何家早已把其他行业的股票和期货都卖光了，买入了瘟疫相关的股票和期货。这一涨一跌，中间相差的利润何止十倍啊！何超林眼神一亮。 嘴角抹过一丝兴奋，原来如此，难怪陈大师让我拼了命也要劝您这样做。何红火的一刀，不仅如此，想治鼠患，最关键的就是闭门闭室灭鼠杀菌。我估计啊，这么大的鼠患，线下博彩被关个两三个月，甚至五六个月都有可能。这种情况下，谁先布局线上博彩，谁就能成为博彩业的最大赢家。何超林跟着附和道：“那咱们何家岂不是要发了？”哼，这次鼠患对于其他家而言，肯定是一场毁灭性的灾难，资产缩水个一半。 甚至九成都有可能，而我何家不但不会受到影响，反而能赚得盆满钵满。从此之后，蒲城豪门只何家一家。何红火激动的脸上的褶子都带着神采，双颊都红了。陈大师预言的果然全是真的，财难降临了。他按照陈默说的去做了，躲过了财难。至于受难的事情，他早就吩咐人去做了，肯定也没问题。何红火笑着拿起手机打了个电话出去，然而电话打完后，何红火脸色铁青，拄着拐杖的手颤抖不已。爸，怎么何超林明知故问道。 何红火没回答，右手颤抖着拨了个电话出去。同一时间，何超神的电话响了起来。何超神，带着你弟弟，马上给我滚何家别墅来！何超神按下接听键，还没来得及说话，电话那头就传来了何红火愤怒的咆哮声。从小到大，这是何红火第一次对他发这么大的火。何超神心中咯噔一下。喧闹的会所包厢内，整个空气突然安静了。哥，怎么了？不知道，咱爸好像生了很大的气，要咱们回家一趟。 两人揣着一肚子疑惑来到了何家别墅。此时，何家高层居然全员到齐了，整个会客厅都炸开了锅，每个人的脸色都非常难看。何超神、何超胜，你们俩做的好事！何红火拍案而起，怒不可遏道：“何超神，一脸懵逼，爸，我我们怎么了？怎么了？我让你们卖的股票和期货，你们一样也没卖；我让你们搞的线上博彩，你们屁都没搞，光知道在外面搞女人。你们可知道，这次闹鼠患，咱们要承受多大的损失？何家的资产？” 起码要缩水一半。何超神、何超胜，你们就为了你们那点股票分红，那点线下博彩利润，竟敢忤逆、违背我的意志？你们该死，知道吗？你们是何家的罪人！何超神和何超神俩兄弟整个人都傻在原地了。股票没卖，线上博彩没搞，这绝对不可能！他们明明已经按在何红火的吩咐，把命令传达给了韩俊了，而且韩俊那边也已经给他们反馈，说是都操作好了。爸，这其中一定有什么误会。爸，我们您借我一百个胆子，我也不敢忤逆您啊！ 证据确凿，你们还想狡辩？何红火愤怒道。同时，一众的何家高层也是议论纷纷。超神和超圣这俩孩子一向一意孤行，现在居然给我们何家造成了这么大的损失。对啊，原本这次鼠患，咱们何家能资产翻好几倍的，结果却被他们俩弄得损失了这么多钱。哎，就为了他们自己的那点小利益，罔顾咱们何家大家庭的利益，这种人不配姓何。何超灵也是一脸愤怒，气得全身发抖的样子。实际上，他的内心在狂笑，押宝押对了。 何超神和何超胜对视了一眼，都意识到了不对劲，这其中肯定有人在故意害他们俩。下意识的，何超神看向了韩俊那边。韩总监，这是怎么回事？何超神道。韩俊蹭的一下子站了起来，他早就已经跟何超林商量好了一套说辞。何少，你问我怎么回事？当时何小姐过来想传达老爷的命令，你把何小姐给打了个半死，撵走了。我还在疑惑怎么了，后来我又特意去打听了一下，隐约听到似乎是有这两个命令，结果一问你们两个，你们都说没有这事，让我别管。 而且还特意给了我三天带薪假期，报销全部的差旅费，让我带家人出去旅游。我当时以为你们是好心，却没想到啊，你们居然故意把我支走，还阴奉阳违。轰！何超神和何超胜俩兄弟的脑子嗡的一声炸开，他们俩打死都没想到，一直对何家忠心耿耿的韩俊叔叔，居然会像这般陷害他们俩。韩俊，你血口喷人！韩俊，你胡说八道！韩俊寒声道：“二位少爷，人在做天在看，可别敢做不敢认。而且你们俩之前一直抱怨缺钱，昨天。” 你们俩就从股票和博彩厂子里支出了三千万，用于了买车和消费。少爷啊，股市和博彩厂子的那点分红才多少钱啊？你们怎么能为了那点钱置何家的大局于不顾呢？你们真的是害死我了！我这是要晚节不保啊！说着，韩俊一脸老泪纵横的看向了何红火，痛心疾首道：“董事长，这件事实在太恶劣了。我韩俊虽然毫不知情，但一样要引咎辞职。另外，我建议马上更换负责人来推进这两件事，尽可能的挽回损失。同时。” 解除两位少爷的一切职务，而且这次问题出现的一切后果由何超神和何超胜两位少爷一并承担。第一百八十四章，帮我搞死何超群。韩俊这一套组合拳打下来，真是打得何超神、何超胜兄弟俩一点防备都没有。他居然用主动辞职来煽动情绪，从而达到最终目的，更好负责任，同时还要将他们俩兄弟赶出公司。如此一来，两兄弟为了自己那点利益，故意不执行何红火命令的事情便被坐实了。何红火又找了好几个负责人，可惜他们全被何超林给买通了。 所有人的证词一致，俩兄弟百口莫辩。这俩人不能再继续在公司待着了，必须赶走。这次的后果必须由两人承担，就算是把他二人逐出何氏，也是应该的。在场的一众何家高层纷纷表达了自己的观点，没有一个愿意替两人说话的。何超神和何超胜俩兄弟都快气吐血了，他知道这些人是什么目的，他们俩人走了，这些人才有机会上位。爸，别叫我爸了！何红火呵斥一声，你们俩手头负责的东西暂时交接给玲玲。 给我回家，好好的反省，以后不许你们再碰公司任何事情。滚！会议散去，何红火经过俩兄弟身边的时候，看都没看一眼。其他亲戚也没有一个愿意理俩兄弟的。两兄弟失魂落魄的看着人群散去。这时，何超林走了过来：“你来做什么？看我们笑话吗？”何超神冷冷道：“他还没察觉到是何超林搞的诡计。哥，我觉得肯定是爸误会你们了。这样，我约韩俊晚上到帝豪大酒店跟你们详聊，把事情都说清楚，到时候再把手上的权力还给二位哥哥。” 你们觉得如何？何超林言辞诚恳道：“哼，算你识相。你不过是个庶出，根本搞不定公司那一堆事儿。这样做也是对何家负责。”两人根本没有想领何超林情的意思，反而一副理所应当的样子。晚上，帝豪大酒店顶层总统套房，何超神和何超胜俩兄弟拿着房卡，杀气腾腾的按在约定时间来了。奇怪，怎么里面好像有女人在叫、啊？何超神看了一眼房号，没错啊，刷卡试试呗。何超胜道：“卡一刷，直接门开了。里面的一幕。” 直接让何超神目瞪口呆。在豪华的大床上，他的老婆王良迪居然正在被公司的财务总监韩俊压在身下。韩俊，我第一百八十五章帝王工地惊现山村老师。很快，陈默这边就收到了何家资产缩水的消息，这让他大吃一惊。难道何超林没成功？陈默急忙打电话给了何超林，询问状况，却听到电话那头传来了何超林极其不耐烦的声音：“何超群已经按在约定帮你搞定了，从此之后你我之间互不相欠。” 我现在已经是何家的高层了，身份特殊，不要再给我打电话了。嘟嘟嘟，再打过去。沉默发现对方一直占线，显然这个号何超林以后都不打算再用了。沉默急忙托人打听了一下何家的事，虽然细节没打听到，但也猜了个八九不离十。沉默，何超林怎么回事？为什么没按你说的去做？公明急忙跑来询问。这女的是个狼面，狼面是什么？比狠人狠了不止一点两点，而且还横。顿了顿，沉默继续道：“不过无所谓，本来我们两人之间就是互相利用。” 他达到了他的目的，我也达到了我的目的，互不相欠也好。那你之前提的那五十亿，我本来就没想着他能出这笔钱，提出报酬，只是让他更加安心卖力地为我办事而已。陈默抽了口烟，眼睛微眯道：“当然，何超林最好不要做出让我不痛快的事儿，否则这笔债可就不是五十亿能解决的了。”就在这时，公明的秘书急急忙忙跑了进来：“陈总，龚总，不好了，楚向东带着人来了，我们想拦，但是拦不住。”话还没说完，办公室的大门被粗暴的踹开。 楚向东一脸得意的笑容，将一张金字请帖往陈默办公桌上一摔。陈总，帝王的前期准备工作我已经全部走完了，开发也进行了半个月了。现在想邀请你去参加帝王工程的剪彩仪式，你不会不给我楚向东这个面子吧？顿时，公氏集团的所有工作人员脸色铁青。明明知道现在双方是死对头，现在你工程开发的顺利，居然故意来送请帖，这不是恶行人吗？帝王工程开发的很顺利吗？陈默拿起请帖，玩味的看向了楚向东。顺利的话。 帝王工程应该一年之内就能开发完毕，到时候以帝王工程为中心，辐射周边的房地产市场。半年内，省城的全部市场就是我楚家的；一年内，我有信心把整个江海省的市场都吃掉，包括你公司的老巢江北。楚向东自信满满的霸气道，他似乎已经看到了公事破产倒闭的情景了。好，楚总，这次剪彩我出席了，希望到时候你别不欢迎我。放心，出席肯定给你刘寡妇那桌。哈哈，楚向东狂妄的笑着离开了。等楚向东离开后。 沉默淡定的将请帖收好，拨了一个电话出去。强子，何超林那边已经搞定了，让你卧底在楚向东工地的兄弟们可以动手了。是夜晚，帝王工程工地上，工程队正如火如荼的干着。这是楚家的命令，必须加班加点的干，否则就会被开除。这楚家可真是没人性。这几天我老爸病了，想请两天假回去都不让。谁说不是啊？前几天温度超过四十五了，还让老子干，我差点没热死过去。就现在温度还三十六度呢，干完这一票，老子坚决不给楚家人干了。 一众工友纷纷抱怨道。这时，几名工人端着冰镇啤酒走了过来。来来来，建哥说了，天热，请大家喝冰镇啤酒，万岁！所有工友扔下手中的工具，纷纷跑来抢啤酒喝。冰凉凉的啤酒一下肚，所有人都露出了舒爽的表情，发出了痛快的声音。见所有人都喝了，刘华健玩味的开口笑道：“好了，喝完回去工作吧。不过大家晚上干活小心点，这个工地死过人。”所有工人不屑的笑了。建哥，工地死人不很正常吗？你还怕这个？我工友都死了十几个了，怕个蛋？ 刘华见笑而不语，对着旁边的小弟使了个眼色。约莫凌晨十二点的时候，天空中阴风大作，阴风微微吹在这些工人的身上，却是冰寒刺骨。即便是工友里身体最强健的，此刻都忍不住龇牙咧嘴道：“奇了怪了，怎么突然感觉这么冷啊？”轰隆隆，原本晴朗的天空说变就变，开始电闪雷鸣，豆大的雨点倾盆而下。工友们急忙收拾好工具，回临时搭建的板房躲雨休息。好巧不巧，这个时候停电了，咔嚓。 板房的窗户忽然被风吹开，有人哆嗦着道：“我怎么感觉气氛有点诡异啊？该不会真的有鬼吧？”所有刚刚喝过冰镇啤酒的人，此刻止不住的心脏狂跳，呼吸急促，有一种被人勒住脖子的窒息感。别胡说八道了，这个世上怎么可能有鬼？工头呵斥道，但他此刻心里也在发毛。下一刻，屋内忽然响起了女子唱戏的声音：“郎在欢心处，妾在长断时。委屈心情有月之，相逢不易分离意。弃妇如今悔恨迟。” 君亦否？当日凤凰心抵去，又既否续付恩情过别枝？又请否旧爱已无身诉处？又念否有娘无父一孤儿？欺君呀、啊！你又可知否？我久病成劳疾，不久会为你伤心死。这首戏曲名为《卖肉养孤儿》，是多年前的著名的越剧。后辈山村老师采用片头女鬼唱戏，就是唱的这段。此时响起的也是楚人美唱戏的声音。雷鸣交加的停电夜，所有人感觉身体不适的情况下。 又突然响起了这样的唱戏声，实在让人不寒而栗。哪怕是已经知道真相的刘华健，都忍不住身体打哆嗦，心里琢磨着：莫哥这是哪找来的录音？咋这么吓人呢？谁谁在唱戏？有工友恐惧地询问道。没有人看到唱戏的人在哪里，唱戏声仿佛来自四面八方，哪里都有。至于唱戏的人，依旧不见踪影。越是这种不见真相的恐怖，越是让人心中发寒。这些个工友们此刻瑟瑟发抖的，竟然缩在一起，抱成一团。看，快看那边！ 有人惊呼的指着工地旁的一处水潭，这一刻，一名披头散发、看不见模样、全身蓝色戏服的诡异女子，居然漂浮在了水潭上。鬼呀、啊！有人惊声尖叫了出来。第一百八十六章九龙拉棺，帝王停工。第二天一大早，楚向东还没起床，私人电话就被打爆了。喂，什么事儿？楚总，不好了，昨天晚上工地闹鬼，工人吓昏过去了上百个，还有几个心脏都吓得骤停了，差点死掉。现在媒体正在堵在楚氏集团呢。 您可千万别露面！楚向东顿时懵逼了。工地闹鬼，这是怎么回事啊？不过楚向东来不及想那么多。帝王工程竞标前就砸了六十五亿，后续的开发费用他又借了十个亿砸进去了。现在别说是闹鬼了，就是地府的妖魔鬼怪全部跑出来在工地上蹦迪，他也必须咬着牙继续开发下去。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帮我堵住那群媒体的嘴巴。另外，赔偿那些出事的工人，让他们嘴巴严实点。工程继续，不允许停工。下午三点钟。 工地继续开工，突然，一名工人操纵挖掘机时觉得有些不对劲，怎么回事？刘华建赶忙上去询问道：“剑哥，好像地底下有东西。”停下挖掘机，换人工挖掘。很快，地下面的东西被挖出来了，所有人倒吸了一口凉气，是棺材，整整三十六口棺材，全部都是上等木料，棺外全部绑着红线，棺木上隐约可见写着“始皇龙帝三十六妃”。有工人没忍住，打开了一口棺材，里面竟然是一具死去多年却栩栩如生的红衣女子。 棺木一开，一团黑气涌出，那名工人当场口吐白沫，倒地身亡。此人乃是刘华健的得力助手，被刘华健十分痛心的抬走，送塞到车上，送往了火化场。接着，在刘华健的指挥下，众人又在工地的最中心挖出了九条青铜铸造的长龙，长龙中间还埋着一副重达万斤的棺材，棺材中有一副骸骨，身着金缕玉衣。刘华健顿时脸色大变，失声尖叫道：“九龙拉棺，这，这里是龙陵，所有人停止一切开发活动！” 立刻上报考古部门。同一时间，正在被闹鬼事件搞得焦头烂额的楚向东，又接到了一个电话。喂，楚总吗？小王，闹鬼的事儿你办得怎么样了？压下去了吗？压下去去，呼压下去了就行。可是楚总，咱们工地挖出了始皇龙地墓，现在全国各地的考古学家都往工地赶呢。土地司已经让工程全面停工了，必须等考察结束才能动工。什么？轰！楚向东如遭雷击一般，整个人都不好了。昨天是闹鬼，今天又来了个什么始皇龙地墓？ 傻子都能猜出来，这是有人在搞他。楚向东急忙带着考古专家赶往了工地，结果现场已经被封锁，他带的考古专家进不去。无奈的楚向东只能去土地司，火急火燎的找到了高明远。高司，帝王工程不能停，我现在已经投入了七十多亿了，停下来，不光我会破产，何家和楚家也都不会饶了我的。高明远一边用他的高山流水茶具喝着茶，一边面无表情道：“楚总，按照规定，必须等待考察结束才能继续动工，你继续回去等着吧。高”高司。 瞎子都能看出来，这是有人在搞我。怎么可能？我才一动工，就又是闹鬼，又是出什么龙鳞的。楚向东不服道：“楚总，这办事是要讲证据的，空口无凭，你让我怎么相信你？”高明远打着官腔，敲着桌子，一板一眼地说道：“那您让我带人进去检查，我保证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楚向东道：“考察这事儿必须由考古司的专业人士来做，这是规定。这事儿你就别操心了，回去等着吧，很快就会有消息的，放心吧。”高明远道。楚向东无奈，只能回去了。 公氏集团董事长办公室，公子渊用葱白的玉指为陈默包着葡萄，喂着他。莫哥，你这一套组合拳简直就是一剑封喉。帝王工程的项目一拖一停，影响进度、资金和人心，加上工地闹鬼、工人罢工，楚向东的整个团队都处于分崩离析的状态。当然，最让我佩服的还是你弄的那个什么九龙拉棺。你这脑子是怎么想的？有始皇龙帝墓在，全国的权贵都望而却步了，谁都不认为自己有那个命格能镇得住龙陵。 不管最后帝王工程建成什么样，那些富人出于风水考虑都不会买那里的房子了。如此一来，这楚向东不开发吧赔钱，继续开发赔得更多，进退两难。啧啧啧，陈默哈哈一笑道：“这一招最关键的，其实在于打通高明远的关系，没他的帮忙，这一套计划根本行不通。当然，我最该感谢的是我二爷爷，这一招是他用来陷害我爷爷用的，没想到现在帮了我这么大的忙。接下来，我们只需要等就是了。楚向东撑不过半个月。” 就必须找人接盘，否则就会破产。沉默高估救楚向东，仅仅过了一个星期，楚向东就已经被债主催得焦头烂额了。而帝王工程如果不动工，是要被交纳罚金的，每天的罚金高达一千万。无奈之下，楚向东只能再次来到了和超群住的别墅。刚一进门，楚向东却发现何超群已经在收拾行李，要走了。何少，您这是家里出了大戏，窝底让窝回去一趟。何超群没解释那么多，火急火燎的拖着行李箱就要走。何少，等一下。 楚向东狂冲了上去，可他马上就被何家保镖给拉住了。楚向东近乎疯狂的喊道：“何少，你必须帮我！现在帝王项目需要钱，你再借给我十个亿，这事儿等我处理完家事再说。”何超群懒得理他。何红火这次发火很大，他能感觉出来。现在他哪里还管得了楚向东啊？站住！你给我站住！看着何超群就要上车，楚向东近乎疯狂的怒吼道：“何超群，我这一个多月像狗一样伺候你，你现在抛下我不管了，渣男！”何超群脸色一变，骂道：“离个死扑街大路仔！” 说什么？信不信我弄死你！楚向东看着何超群凶狠的脸色，几乎咬碎了牙，怨毒道：“二十五个亿，我自己借了二十五个亿，砸到了帝王项目里，你就这么不管了？不可能！扑街！老子也砸了六十个亿进去，你以为我不想管？”何超群吐了口痰，扭头就走。人走茶凉，原地就剩下了大口大口喘息、脸色惨白的楚向东。沉默，是你，一定是你搞的鬼！楚向东无比怨毒的怒吼道。第一百八十七章，何超林狮子大开口。很快。 楚向东气势汹汹的来到了陈默的办公室。陈默，这一切都是你计划好的，你算计我。楚总，你在说什么啊？我怎么听不懂啊？陈默轻描淡写的说道：“少在这装傻充愣。”楚向东几乎要扑上来咬陈默一口。你故意让我高价买入帝王，之后又安排了这一系列的事儿，让我彻底走入死路。你这种卑鄙小人，你不得好死！楚向东疯狂的怒吼，眼神中的怨毒几乎化为实质。陈默戏谑的笑着道：“你的意思是，我能安排得了何家，还能让土地司听我的话？楚总。” 我有那么神通广大的话，我用得着算计你吗？这楚向东顿时被问得哑口无言。是啊，陈默要是真的安排得了何家，安排得了高明远，真的有那么神通广大的话，楚家还会被他看在眼里？是我猜错了？难道不是你？楚向东也怀疑了起来。那你还不道歉？陈默理直气壮道：“陈总，对不起，是我唐突了。”楚向东主动道歉完，又弱弱地问道：“真的不是你吗？”此时，陈默绷着的脸突然绽放开了，渐渐的笑容。你看人真准，就是我。<laughs> 不，这句话让楚向东几乎受了内伤了。刚刚沉默让他道歉，他居然就道歉了。实话告诉你吧，这招儿还是我二爷爷教会我的。不得不说，损失损了点，但是效果贼好。沉默笑道：“你你二爷爷,你,你二爷爷不得好死！我咒他老了没人把管，我咒他喝水被水噎死，吐痰被痰卡住，买菜必定超级加倍！我咒他！”楚向东破口大骂起了沉默的二爷爷起来。沉默都愣住了，足足骂了十分钟，楚向东才停口，想看到沉默愤怒的样子。然而骂得好。 陈默一脸高兴的样子，鼓起掌来。楚向东都无语了。我骂你二爷爷，你居然还说好？这世上怎会有这种孝子贤孙？楚总，你这里里外外一共得损失了三四十亿吧？而且也让何家损失了六十亿。我倒想看看，楚家和何家能有多少钱给你败的？陈默竖起大拇指，轻笑道：“楚总当真是败家子中的翘楚，败家有道啊！”听到这句话，楚向东再也憋不住了，整个人凄厉无比的尖叫一声，只觉得胸口憋闷无比，张口一口血吐了出来。 两眼一翻，直挺挺的昏了过去。沉默没想到自己就对了他几句话，威力居然这么大，急忙招呼人打一百二十把楚向东抬走了。等楚向东悠悠的睁开眼睛，映入眼帘的是楚家的老管家、元老级人物李成阳。楚向东胸口依然堵得慌，张开嘴颤声问道：“成阳，何超群什么时候能回来？你打听到了吗？只要何超群能回来，他就还有希望。毕竟以何家的权势，搞死区区一个沉默易如反掌。楚总，何少怕是回不来了。”李成阳苦笑着将一份报纸。 交给了楚向东，楚向东定睛一看，何家大少何超群被逐出何家，何家千金何超灵上位成为继承人。这轰！楚向东如遭雷击一般，整个人都呆在了原地，满脸不可思议。难不成连何超群都被沉默给办了？想到这里，楚向东忍不住打了个冷战。楚总，你这次输得很彻底。李成阳无奈道，何家那边要求收回帝王项目，楚家也放话了，准备重罚你。从一开始你就已经入了沉默的圈套了，一步错，满盘输啊！ 楚向东也一脸不可思议道：“可是谁又能想到，陈默居然能把何超群搞下台，还能说服的动高明远？这在我看来简直就是天方夜谭啊！”顿了顿，楚向东问道：“程阳，你要帮我？”李成阳是从楚家白手起家就在的元老，他的话很有分量。小东，你先出去躲躲吧。”李成阳道：“杨哥，你也要放弃我了？离开江海省，我还能去哪？”楚向东急忙道：“李成阳叹了口气道：‘眼下你已经是楚家和何家两家的罪人了，不跑只能等死。你现在去蒲城。’” 我认识一些朋友，先去那躲躲吧。说完，李成阳起身叹着气离开了病房。楚向东景攥着被子，用一种怨毒到了极点的语气怒吼道：“陈默，你等着，你给老子等着！帝王项目一被何家收回，何超林就联系了陈默，让他赶紧澄清闹鬼和九龙拉棺的事儿，还说他马上就会来省城跟陈默谈帝王转售的事儿。陈默想也没想就答应了，因为高明远已经在办这些事儿了。这两件事澄清的越早，对帝王项目的影响就越小。三天后。” 何超灵来到了陈默家，他一进门，陈默便感觉到了何超灵的变化。此刻的何超灵态度高冷，脸上没了之前讨好的媚笑，坐在沙发上，端庄的盖着裙子，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看着陈默，宛如豪门名媛。陈默，你的底细我一清二楚，我也就不跟你废话了。四十五亿项目我卖给你了。实际上，何超灵这次来是何红火嘱咐的。何红火要求何超灵用最短的时间把帝王项目卖出去，然后赶紧把钱拿回来，用于补股票和博彩的窟窿。 何超林一口答应，并且自信地告诉何红火：“他最低也能把项目卖个二十亿，而一来这儿他就狮子大开口，要四十五亿。这其中赚到的差价自然会落入他个人的口袋里。”陈默此刻内心却起了一股无名火。他帮何超林上位，原本何超林是要支付给他一笔五十亿的酬金的，这钱没给也就算了，现在何超林居然转过头算计到他头上来，想高价把帝王卖给他。何小姐，四十五亿是不是太贵了点？三十亿如何？陈默压住火气，用商量的语气道。 沉默，这块地可是我们何家花了六十五亿买下来的，四十五亿卖你已经很便宜了，你居然还嫌贵？何超玲冷笑道：“想要这块地的人可不止你一个，你要是不要，我立马转头跟别人商量去。就算卖不到四十五亿，四十亿出头的价格，相信还是会有人买的。不过我知道这块地对你意义重大，多花个五亿，对你而言也没什么吧？”第一百八十八章，这块地只有我沉默吃得下。沉默深吸了一口气，淡定道：“何超玲，你信不信，在江海？” 除了我沉默，没人能吃下这块地。大胆！何超林怒喝道：“何超林的名字也是你能叫的？沉默，你什么身份？我什么身份？你也配在这对我吆五喝六？四十五亿，一个子都不能少，否则我就卖给你的竞争对手。”言罢，何超林起身便走，态度颐指气使，完全没把沉默放在眼里。公子愿气的脸发白，这女的什么玩意啊？明明是靠莫哥你上位的，不知道感恩也就算了，现在居然还加价卖地给你！呸，真是贱！沉默搂住公子愿，安慰道。 他这种人，典型的小人得志。他完全可以不用来找我，直接卖地给别人的。但是他就是要来这儿吆五喝六，和 6, 因为他想让我知道他已经今非昔比了。可惜啊，我沉默可不是什么好捏的软柿子。说完，沉默直接给高明远打了个电话过去。何超林一出门就得意的笑了起来。沉默，现在的你我如同云泥之别，你就是坐着火箭也望尘莫及。助理笑着道：“小姐，帝王项目转售的事儿已经传出去了。” 现在全国的房地产大佬都在往这赶呢。好，我就是要闹得人尽皆知。到时候我要沉默拿着钱，还要低三下四，像狗一样来求我卖地。何超林得意洋洋道。然而当天下午，正在舒服睡午觉的何超林接到了高明远的电话，要他去土地司一趟。何超林带着疑惑来到了省土地司高明远办公室。高司，您找我有什么事儿吗？何超林问道。何小姐，您的那块地暂时不允许转售，转售会的事儿，你还是先停了吧。高明远面无表情道。何超林惊愕的瞪大了眼睛。 焦急道：“为什么啊？闹鬼的事儿，还有九龙拉棺的事儿，不是已经澄清了吗？现在工地上又挖出了一块碑，上面刻着曹操的墓志铭。我们怀疑工地下面有曹操墓，所以必须要等检查完成，地才允许出售。”高明远呷了口茶，把早就准备好的说辞说了出来。何超林快气疯了，又玩这一套。上次是九龙拉棺，始皇龙帝墓，这次是大碑墓志铭，曹操墓。何超林知道，如果陈默不松口，无论他骗陈默澄清谣言多少次。 工地上都还是会出现不同时期、不同大人物的目的。郁闷的何超灵回酒店，把能砸的东西砸了个稀巴烂。死扑街沉默，该死的狗东西！何超灵无能狂怒，只能在酒店疯狂的辱骂沉默，发泄怨气。发泄完了，他发现只能面对一个现实：帝王只能卖给沉默。而这时，何红火又打电话来催何超灵了：“玲玲，地卖的怎么样了？爸，就快卖完了。嗯，价格少点就少点，哪怕底价二十亿卖也无所谓。不过……” 你必须在三天内把钱带回来，我有急用。好的，爸，您放心吧。挂断电话，何超林深吸一口气，开车再次来到了陈默家。进了陈默家门，何超林还是之前那副高高在上的态度。陈默，四十五亿的价格，你考虑的怎么样了？我告诉你，我可是已经通知全国各地的房地产老板了，我打算开个转售会。要是谈妥了，地被人拍下来了，那你再找我，我可就没办法了。他还妄想着诈陈默一下。陈默笑而不语的看着何超林。何超林咬了咬银牙。 暗骂陈默狡猾。好了好了，算你赢了，就按你上次说的价，三十亿，钱到账，我马上签合同。陈默淡淡道：“现在谈就不是这个价了。”什么？你还想压价？何超林顿时暴跳如雷道：“三十亿已经是白菜价了，你转手一卖都能赚起码十个亿。陈默，做人不能太贪心。”陈默耸了耸肩膀，无所谓道：“好啊，何小姐不想卖的话，可以现在就走，走就走，三十亿卖给你，我傻呀？”何超林真的抬脚就走，没有丝毫拖泥带水。 连踏出大门的那一刻都没有一丝一毫的犹豫，但沉默却观察到了一个细节：从始至终，何超林的眼角余光都能看到自己。在他离开大门的那一刻，他的身体分明猛地颤抖了一下，虽然只是一小下，但也被沉默给捕捉到了。砰！何超林故意赌气的把门给关上了。沉默依然稳坐钓鱼台，岿然不动，喝了两杯茶，抽了一根烟。沉默抬手看了一眼手表，喃喃道：“差不多该回来了吧？”下一刻，大门再次被推开。 何超麟气鼓鼓的回来了。好，你说个价格吧，只要不低于二十亿，何超林就能接受。毕竟这是他给何红火保证的底价。陈默微笑着伸出了五根手指头，又比划了个往下的姿势。二十五亿，你可真够狠的，一口就降了五个亿。陈默摇头，笑而不语，继续比划那个手势。二十亿，陈默，你过分了吧？这已经是拍卖底价了。这个时候，陈默终于深吸了一口烟，但笑着吐出了两个字：五亿。声音很小，但何超林却狠狠地掏了掏耳朵。 一脸不可置信，仿佛自己幻听了的样子。多少？你你说多少？他的声音都在颤抖。你没听错，就是五个亿。沉默起身，目光如炬的盯着何超林，霸气道：“现在这块地只有我能买，你不卖这块地，我可以让他无限期的处于考古检查状态。那个时候，你一分钱也得不到。”沉默，你你不要太过分！何超林怒到了极点，个亿，这是打发要饭的呢？白扔也不能卖啊！我过分？沉默起身来到何超林面前，狠狠将何超林推倒在了沙发上。 将他压在身下，一字一顿道：“何超灵，不要忘了，你承诺过我要给我五十亿的。我现在从这块地上收的这点钱都不够利息的。”沉默的脸距离何超灵只有不到一公分的距离，何超灵甚至能闻到沉默嘴中烟草的香味，那浓郁的雄性荷尔蒙气息瞬间侵袭了他的全身。这一刻，盯着沉默那双如同野兽般的眼睛，何超灵发现他竟然害怕了，浑身发软，动弹不得。第一百八十九章，姑姑来访。整整这样过了一分钟。 何超林这才银牙紧咬道：“好，五个亿，我卖给你了。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何红火那边催促他三天内必须回去，而这块地又只有沉默能买。哼！沉默冷哼一声，拂袖起身，很快将一张合同拍在了何超林脸上，签了他，如同主人在呵斥自己的母狗一般。强大的气场让何超林瞬间回到了很久之后，他还没上位时期的状态。鬼使神差的，他哆嗦着拿起笔就签完了。钱在这里，没有密码，拿着它滚回你的蒲城。江海，我为王。 陈默将一张卡甩在了何超灵的脸上，狼狈地跑出大门。何超林在外面深呼吸了好久，这才缓过来。想想刚刚那一幕，何超林只觉得发自灵魂深处的耻辱。他发过誓的，上位之后绝不再向任何人低头。可就在刚刚，他居然像母狗一样，任由沉默命令，而且还没反抗。甚至于，沉默将那张银行卡甩在他脸上，甩得他脸生疼的时候，他内心竟然升腾起了一股异样的愉悦感。这种感觉让何超林羞愧难耐。 难道我已经习惯听他的命令，当他的狗了？不，我何超玲，绝不屈居任何人之下。陈默，你等着吧，终有一天我会让你知道谁是主人，谁是狗。帝王项目闹鬼事件与九龙拉棺事件均系乌龙事件，相关造谣人员已被抓。帝王项目再次启动，楚家退出帝王项目开发，楚向东跑路，铺城何家以五亿的白菜价格转售帝王。一系列大新闻震得整个省城上层圈子都目瞪口呆。这么多的新闻，简直百年不遇。 剧情的翻转和刺激程度都能拍一部商战电视剧了。谁都没想到，原本的胜利者楚家会突然功败垂成，甚至连蒲城何家都退出了，而原本的败家沉默却成了最大赢家。此时，沉默正在公氏集团的总裁办公室里与公明端着香槟对饮。沉默，我真是服了你了，你小子本事可真大！何家、楚家都被你玩得团团转，六十五亿的帝王到你这直接白菜价五亿拿下！啧啧啧，牛皮！公明喝的双颊醉醺醺,醺的，打着饱嗝夸赞道。 帝王项目到手了，估计也是水到渠成的事儿了吧？沉默道：“哈哈，那必须的！现在不知道多少人挥舞着钞票，哭着喊着求着让我要呢，老子直接摆着臭脸骂他们，他们还得陪着笑，在那跟孙子一样听着。”公明得意洋洋道：“用不了多久，公司就要在港股上市了。到那个时候，公事有限责任公司就要改名叫公事股份有限公司了。”公子院则问道：“莫哥，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沉默沉吟片刻道：“我准备去港城抄底房地产。” 港城公子院惊愕道：“可是港城现在房地产行业非常低迷啊！我听一位房地产大佬说，可能港城的房地产得二三十年才能缓过来。你这个时候去，会不会太冒险了？”港城的房价在这两年暴跌了接近八十，那恐怖的下跌速度吓破了港城所有房地产商大佬的心脏。无数经济学专家、房地产专家断言，港城房地产泡沫已破，二三十年都不会恢复过来。公民也有些没信心道：“沉默。按照你目前的资产，想玩转港城的房地产？” 可不够看啊！那边的房地产市场之大，恐怕比二三十个省城加起来还要大。陈默现在手头所有的钱加起来，大概能买下港城位置不那么差的一块普通的地，仅此而已。毕竟此时此刻，港城还是名副其实的东方经济中心，其经济价值还在，哪怕是房地产泡沫裂了，地价依然贵得离谱。当然，如果跟后市的地价比，现在的价位那简直就是白送。我认为，现在港城的房产行情已经到了谷底，房价马上就要起来了。现在去。 正是抄底的好时候，而且我也打算去港城物色一批能搞娱乐事业的人回来，正式开搞娱乐圈。陈默豪卖万丈道，娱乐圈的利润率一直都高得吓人，如果能培养一个好的明星出来，那利润率甚至比巅峰时期的房地产还要高。而且，陈默未来的商业帝国蓝图里，所有的领域都能与娱乐行业挂钩，所以他没理由不去搞娱乐行业。虽然两千年之后，内地的娱乐圈在慢慢崛起，但是现在娱乐圈的人才依然还在港城。从公司回到家，陈默发现。 家里多了几个客人，定睛一看，是他母亲江燕的亲姐姐江颖和儿子钱峰来了。陈默的爸妈坐在对面，神情都有些尴尬和无奈。江颖跟事业单位有正式编制的员工，跟江燕关系还算不错，逢年过节会互相走动。不过江颖每次来陈默家都是两手空空，还会带上儿子女儿一大家子来，说是来体验农家乐，每次都要吃掉陈默家好多鸡鸭。有一次，甚至还把陈默家一只用来下奶的母羊给宰了吃了。今天却很难得的带了一个礼盒来。陈默打眼一看。 盒子的包装很粗糙，外面印的字体都歪歪扭扭，模糊不清。里面应该是一些水果点心之类的东西。姑姑，封弟，你们来了呀！沉默上前去礼貌的打招呼道。然而江颖却正眼都不看沉默一下，因为他并不知道沉默现在是江北首富。江燕告诉江颖，陈家之所以有钱，都是因为家里耕地的赔偿金。在江颖眼里，沉默还是那个月薪一千块的苦逼打工仔。燕子啊，我是真没办法了，不然我也不可能来找你啊。我们家小峰啊，从大学毕业一直找不到工作。 现在的单位和公司真是太不懂事了，我都跟他们说了，我们要求不高，月薪给个三四千，每天早九晚五不加班，正常放节假日，逢年过节有过节费和礼品，年底再发上五六月的绩效工资就行了。但是他们全都拒绝了。其他人帮小峰找的工作，不是月薪就几百块，就是要加班，薪资也不咋地，跟你家陈默刚毕业的时候没什么两样。你说这不是埋汰我们小峰的身份吗？江影垂足顿胸，愤怒和不甘地说道。而一旁的钱峰则用手机正玩着贪吃蛇，眼皮子都不抬。 好像这事儿跟他没关系一样。第一百九十章，陈默能帮上忙。陈默其实很讨厌这个阿姨，她太能算计，太能占便宜了。他家也算是中产家庭，而陈默家是不折不扣的贫困户。就算这样，人家就是能厚着脸皮，逢年过节就要陈默家吃拿卡要，什么笨鸡蛋、新鲜菜蔬、水果、土鸡土猪，跟饿死鬼进村似的，看见啥拿啥。陈默估计这次江影是听说了江燕有钱了，所以又带着儿子来，借着各种名义来占便宜了。 江燕轻声安抚道：“姐，我理解你的心情。要不这样，我让默默介绍小峰去他公司上班，先干着。”陈默现在在什么公司啊？江颖问道。公事房地产。江燕说完，玩急忙补充道：“不是当领导层的，就是个打工的。”他实在是怕江颖给陈默添麻烦。我当然知道他是打工的了，就他那能力，怎么可能当得上领导？江颖不屑的道。说完，江颖扭头看向了钱峰，因为公事房地产也算不错的大公司了，最近风头正紧，很有潜力。 让他儿子进去先干着也还不错。然而钱锋却头也不抬，一边玩游戏一边嫌弃道：“房地产公司算了吧，卖房子的公司有什么好的？不上档次。我学的可是艺术相关，走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的路线。房地产公式跟菜市场似的，还要伺候客人。”钱锋撇撇嘴：“倒贴我一百万，我都不去，不符合我的身份。”明白了儿子的心意，江颖立刻附和道：“就是就是，看看现在的沉默都混成啥样了，一个月工资千把块，让小峰去。” 也混不出什么名堂来，还把层次高低了。沉默忍不住问道：“那小峰学的是什么高端大气上档次的艺术专业啊？”钱枫抬起头，一甩刘海，傲然一笑道：“美容美发。”沉默，江燕叹了口气，无奈道：“姐啊，默默的公司你看不上，你想让我怎么帮忙？啊？我想过了，那些企业啊，不光狗眼看人低，待遇也不咋地。我可不能让我们家小峰去。”江莹眼睛发亮：“我想过了，我准备让小峰去财政司。我看新闻了，今年大夏国要重点发展经济。” 财政司必定有很大的发展前途，要是让小峰进去，肯定不错。他干脆利落的和盘托出自己的意图。我也不求他大富大贵，一年赚个十来万就行。沉默的嘴都咧咧了，一年十来万，那岂不是要月薪过万？这可是两千年啊，月薪一千都是很不错的薪资水平了。过万的收入，得是老总级别的人才能达到。哪怕是放在二零二一年，大部分人还是达不到月入过万的水平。陈峰皱眉道：“那财政司招的都是学经济的，而且要求最低也得是个二本。” 更何况还有笔试和面试，那真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比考大夏国排名前十的大学都难。历年来财政司招进去的人，不是已经有丰富经验的经济专家，就是在大学时期就已经得奖无数的好苗子。言下之意，你不可能进得去。我知道啊，就是知道难进，所以才来找你们啊。江影笑着道：“燕子，你不是说你们家耕地赔了很大一笔钱吗？这样，你拿出来帮忙去打点一下。”小峰想进财政司，那还不跟喝水一样简单？江影顿了顿，收起几分笑容。 除非是你们不想帮忙，或者怕花钱。陈峰和江燕对视一眼，都一脸尴尬，因为这忙他们根本帮不上啊！他们俩都是农民，怎么可能认识人？无奈之下，江燕求助般的看向了陈默，陈默也不想让自己母亲为难，只好道：“姑姑，财政司那边我有一点关系，要不我帮帮忙？你帮帮忙？你能帮个屁的忙啊！”江颖嫌弃的对陈默咆哮道：“这事儿起码得是个副司才能解决，你认识吗？”江颖气的不行，都什么时候了，陈默还来捣乱！转过头。 江颖直接嚎啕大哭了起来。“燕子啊，姐是真被逼得没辙了，才来找你帮忙的。你说你们现在也有钱了，省城的大别墅都买了，随便从指甲缝里抠出来点钱，帮帮小峰，怎么了？他可是你亲外甥啊！”看到陈峰夫妇为难的样子，江颖的脸色变得不善了起来。“难道你们忍心看着小峰没工作，整天待在家里啃老吗？”钱峰也冷嘲热讽道：“哎，这人啊，有钱就丧良心。”陈默摇,摇摇头：“这孩子打小就不会说人话，现在越来越像狗了。”江燕实在忍不住拉下了脸来。 小峰，你怎么说话呢？是我们不想帮忙吗？是真的帮不上。陈峰点点头附和道：“财政司那种单位，想进去得靠硬实力。”还有，哎呦，你们听听你们说的，这是人话吗？你们干什么了？就说帮不上，是帮忙找人了，还是掏钱送礼了？江影振振有词道：“你们这就不是帮人的态度。要不是看在你是我亲妹妹的份上，你以为我愿意低三下四的来求你们帮忙吗？”他劈头盖脸一顿埋怨：“想当初你刚嫁人的时候，还是我帮你缝的被子呢。结果呢，现在我就求你帮这么一丢丢的小忙，你就给我来这一出。” 那一床被子，江颖拢共就缝了两针，然后全部由沉默的姥姥完成。就这，江颖逢年过节就要拿那床被子说事。江燕无奈道：“姐啊，我知道你对我好，可是这事儿我算了算了，姐。其实默默能帮这个忙，陈峰真的很不想让沉默因为亲戚的事儿去动用关系，尤其是这种屁大点的事儿。陈峰就算再笨，也知道那些关系是要在救命的时候用的。但是看到江颖快把自己老婆给逼死了，只能无奈让沉默欠人情了。” 沉默，江影闻言火气更大了。你别开玩笑了，谁不知道你们家沉默就是个月薪一千的打工仔啊？他连自己对象都搞不定，能帮忙搞定小峰的工作？你们啊，不想出钱帮忙就直说。一会说什么不认识人，一会又拿沉默来当挡箭牌，还不是不想出钱帮忙吗？当我们是傻子吗？第一百九十一章，我儿子是首富。江影是彻底生气了，在他看来，陈家这是故意在糊弄他。谁不知道沉默是个打工仔，窝囊到连对象的彩礼都给不起，被人家一脚给蹬了。 陈家人说：“陈默能帮忙，完全是把他们母子当白痴了。”此时，江颖也反应了过来，道：“他姑默默的确能帮忙。”他现在，江颖气冲冲的骂道：“好，好，好！陈家有钱了，发达了，就看不起我们这些穷亲戚了。不想帮忙就痛快点，有什么了不起的？陈默一个破打工仔能帮忙，母猪都能上树了。儿子，你说的对，没钱、没事没亲戚。”江颖冷哼道：“为了糊弄我们，非得把陈默拉扯出来。你以为我不知道啊？你们家能有现在的好日子？” 全是靠耕地的赔偿金，有个沉默屁的贡献啊！钱峰直接拉着江颖的衣服道：“妈，我看啊，咱们还是走吧。待会儿人家要吃饭了，该说没做咱们的饭，要撵咱们了。”钱峰一个吃的白白胖胖的大小伙子，说话那尖酸刻薄劲儿比他妈还要过，让陈峰夫妇气的要死。他姑，我们真没骗你，默默现在生意做的很大，认识很多能人，包括财政司的熊志文、熊思。陈峰解释道：“有熊思发话，小峰工作的事儿应该能解决。”江燕也忍住怒气，点头道。 没错，我们家默默现在不是打工仔了，是大老板了，认识很多大人物呢。你们往外面看看。江颖指了指窗户外面，陈家人疑惑地看向了窗外，什么都没有啊，是不是有头小母牛在天上飞？吹牛皮吹成这样，我也是服了。江颖怒极反笑道：“沉默是大老板，还认识熊志文，我还认识高明远呢。你说说你们家才发达了几个月啊，怎么就从老实本分的农民变成了这副嘴上抹油、说话没把门的嘴脸了？不帮忙也就罢了，还扯一堆荒唐的理由来糊弄，真是让我失望。你们啊！” 要是真看不起我们，我们以后都不来了，行吧？江颖收拾东西准备走人，搞得气氛特别尴尬。江燕扭头看看沉默，欲言又止。沉默心里很气，非常气，但是他知道这事儿要是不帮忙办了，江颖回娘家一定会往死里说自己母亲的坏话，那样江燕肯定回娘家很难做人。作为一个儿子，他不能让母亲难堪。妈，我给熊志文打个电话，让他帮忙。沉默道。江燕不好意思的道：“默默，实在是不好意思了，麻烦你了，妈。” 你说什么呢？我是你儿子，什么麻烦不麻烦的？再说就是一个电话的事儿。随后他就打电话给了熊志文，电话一共就打了十几秒。沉默扭头对江影道：“行了，事情搞定了，演接着演，看你一家子演到什么时候。”江影一边把那盒廉价的点心收拾着，还故意砰砰作响，一边鄙夷的看着沉默他们。远亲不如近邻，我们家对面刚搬来的亲戚，还知道帮忙打听打听有没有合适小峰的工作呢。小峰，我们走，这里不是咱们该待的地方。江影拿起礼盒。 骂骂咧咧的招呼钱锋离开，陈家门槛太高了，咱们啊，高攀不起。钱锋也冷哼道：“亏我妈省吃俭用了好久，给你们买那么好的礼盒，就是给狗也比给你们强。”嗡嗡嗡！就在这时，钱锋的手机震动了起来，他拿起电话，不耐烦的道：“喂，谁啊？啊，财政司的。嗯嗯，好好，我明天就过去，谢谢。”啊。钱锋挂断电话，满脸的惊讶。江影急忙问道：“小峰，你刚刚说财政司的谁来的电话？说的什么啊？妈。” 刚刚省财政司的给我打了电话过来，钱锋开心的手舞足蹈道：“刘秘书说已经看到我投的简历了，让我准备下个人信息，明天直接去财政司报道。他们还说笔试面试就免了，试用期也缩短为两个月，并且试用期全额发放各种福利待遇。只要试用期不犯什么大错，就能顺利转正，享受五千元的底薪和绩效工资，还有所有正式员工该有的待遇。”想到自己马上能成为财政司的正式员工了，工资还那么高，钱锋激动的活像个二百斤的孩子。真的？江颖皱眉道。 不会是诈骗电话吧？不会，这个电话号码的确是财政司的专用号，而且之前我投简历的时候见过刘秘书，他嗓音很特别，一听就能听出来。钱枫笑道。得到确认后，江颖兴奋道：“太好了，我儿子可以进财政司了！老天有眼啊，我们老江家出龙了！省财政司啊，得到了这份工作以后，钱峰挑媳妇都得挑着挑。江颖可以回去好好吹嘘一波了。他姑，这下你信我家默默有本事了吧？”江燕颇为骄傲道。沉默。江颖闻言。 不禁好笑道：“这跟他有半毛钱的关系吗？没听我们家小峰说吗？是财政司看了他投的简历，才让他过去的。明明是我家小峰能力出众，财政司看中了小峰这孩子的潜力，这才万里挑一要了他。跟你们家陈默有个屁的关系啊！你该不会以为我会相信，陈默打个十来秒的电话就能让小峰进财政司吧？”江影不屑的道：“凑巧的事罢了。你们居然还舔着脸把功劳往自己身上揽，可真够行的。”钱峰也一脸讥讽道：“且不说陈默是不是打工仔吧，就算他真是大老板。” 那财政司会是能看大老板脸色的地方，人家明明是看中了我的外貌条件和才华个性，所以才招我进去当高层储备人才的。钱锋骄傲的挺了挺巨大的啤酒肚,肚，斗笠般大的脑袋高高扬起。你能有什么才华？沉默无语道：“我不光会美容美发，我还会挖掘机、炒菜，英格力士也会说俄雷头。”钱锋傲然道：“行了，小峰，跟这种人有什么好说的？”江颖不耐烦道：“燕子，不是我说你，就算你想给你儿子长脸，也不能把小峰自己的优秀。” 说成是沉默的能耐啊！一个公氏集团的打工仔哪来的能耐，让我家小峰进财政司啊？他丝毫不信是沉默起了作用。江燕实在憋不住了，直接道：“我们家默默是江北首富，公氏集团的老总。”他快气坏了，明明就是他儿子的功劳啊！就前锋的能力，进发廊当的老师都够呛，怎么可能被财政司相中，还不用笔试面试？第一百九十二章，我最恨被人占便宜了。江颖和前峰闻言都先是一愣，噗哈,哈哈哈，紧接着两人都笑得合不拢腿了。首富，噗哈,哈哈哈。 哎，老总，哎呦，我不行了，姑姑。陈默刚要解释，却被江隐蛮横的打断：“行了，别扯了，再扯何红火都要出来了。小峰今天进了财政司，我心里高兴，就不跟你们这些势利眼计较了。只要你们开心，咱就当这个忙是陈默帮的吧，好不好？只是啊，我们以后也不会再登这个门了。你们啊，好自为之吧。”说完，他昂起脑袋，拉着钱峰离开。陈默却是松了一口气：“太好了，以后都不用再见这俩奇葩了。这个忙帮得真值。”江燕愧疚道。 儿子，妈不用说了，妈，我理解您的难处。我姑不是说了吗？以后都不会来了，这不挺好吗？沉默道。吃过饭后，江燕拉着沉默的手道：“默默，小野上学的事儿，还有前锋工作的事儿，已经麻烦雄思两次了，妈，实在过意不去，你帮妈请人家吃顿饭，好好谢谢人家，行吗？”沉默点头道：“是应该感谢一下。”当晚，沉默就给熊志文打了电话过去。哎呦，陈大忙人怎么有空给我打电话呢？雄思说笑了。对了，您明天有空吗？我想请您吃个饭。 正好，我最近买了几只股票，想请您帮我看看呢。这样吧，明天上午你先来我办公室找我，咱就去我单位对面的饭店随便吃点，行吗？成<程>。翌日，陈默开车到了省财政司门口停下，这里装修非常朴实无华，建筑也都已经有二三十个年头了，又破又旧。大厅前台里坐着个拿保温杯的大姐，满脸不耐烦，头也不抬一下。即便如此，来这儿办事的一个个都对她非常客气。陈默正要走到前台去问一下熊志文办公室在哪。 却发现大厅坐了两个熟悉的身影，江影和钱枫。陈默先是一愣，然后想到似乎今天是钱枫来报道的日子，顿时释然了。他上前几步，就听到江影拿着手机，生怕别人听不见似的，大咧咧道：“嗯嗯，刘秘书，我是钱峰母亲江影，是钱枫。昨天你亲自联系那个钱枫，实在抱歉哈，昨天太开心了，全家一起吃了个席，酒喝多了，结果就睡过头了。”陈默顿时无语了，省财政司啊，这么好的工作，钱枫居然因为喝酒睡过头了。 沉默考虑是不是要告诉熊志文取消前锋的工作机会，不过你们不用担心，我们家前锋啊，决定来财政司干，就一定不会去别的单位。江影看到周围的人都在好奇的看着他们娘俩，顿时更得瑟，声音也更洪亮了。对我们已经到了，就在大厅，你来接一下我们吧。哎，行，中午就让小峰跟你们一起吃，不过先说好了，不许太不张哈，一千一桌的标准就行了，只要是想让小峰跟咱们单位的领导们都认识认识。好，好，好，我们就在这等着。江影洋洋得意的挂断电话。 扭头对钱锋道：“看，我就说吧，小峰你这么优秀，是百年不遇的奇才。财政司不敢不要你，不然你去了别的单位，做出了成绩，熊志文都可能被挤兑走。刘秘书就快来接咱们了。”周围来办事的，还有在场的工作人员都纷纷啧舌不已。这俩人什么来头啊？居然让熊司的秘书亲自来接，中午还专门请客为其接风。钱锋满意的点点头，听说熊司的秘书长得挺不错，而且还是单身，待会儿见了，可以给他一个机会，让他跟我处处。江颖竖起大拇指道。 跟我想的一样，你潜力这么大，未来肯定是熊司的接班人。找刘秘书这样的人当老婆不丢人。一会儿吃饭，多灌刘秘书几杯。今晚就带她回咱家，嘻嘻，她肯定会很开心。钱锋得意洋洋道。沉默闻言摇了摇头，已经铁了心让熊志文开了钱锋了。这还没上班呢，就惦记上人家秘书了。而这个时候，钱锋扭过头，忽然看到沉默的面孔，顿时一惊。沉默<墨>，小峰，你提那个白眼狼的名字干吗？江影不耐烦的道，但是目光看到沉默的脸。 顿时，他眼睛也瞪得老大。沉默，你个白眼狼，怎么也来这儿了？下一刻，江颖脸色大变的惊呼道：“我知道了，你个白眼狼肯定是想高攀我们家小峰。然后通过我们在财政司找工作，对不对？我就说昨天在陈家就不该那么高调的。小峰，你在这等着，我去把这白眼狼撵走。”江颖站了起来，走到沉默面前，报喝道：“沉默，我知道你来这儿来是什么目的，不就是想来占我们家小峰的便宜吗？告诉你，你们一家子都是狼心狗肺，想占我们小峰的光门都没有。”这一刻。 陈家人仿佛是江影的仇人一般，他瞪大的眼睛中冒着熊熊燃烧的怒火，要陈家帮忙，他们百般推脱。看到自己儿子前途无量，就跑过来沾光，这还是人吗？滚！马上给我滚！江影无视了现场人的看法，怒吼道：“我们没有你这样无赖的亲戚。”陈默微眯着眼睛，冷漠地看着娘俩。钱枫也一脸嫌弃道：“陈默，这是你能来的地方吗？赶紧滚，别耽误我跟刘秘书喝酒。”说话之间，钱枫就挺着他硕大的啤酒肚度去推陈默，他最恨别人占他便宜了。 沉默一个闪身，钱枫推了个空，惯性让他直接摔了个狗吃屎。钱枫勃然大怒道：“保安，保安呢？没看到这有人捣乱吗？快把他赶出去！”沉默里都没理两人，直接走到前台，淡淡开口道：“我找熊志文。”闻言，前台一愣：“你找熊思？第一百九十三章工作没了。江颖顿时无语道：“沉默，你闹够了没有？来这儿找熊思，真把自己当什么大人物了？连我们家小峰都见不到熊思，你一个打工仔还能见到熊思？前锋也怒喝道：“沉默！” 不要再闹了，闹大了，耽误了我的工作，你担当得起吗？此时，前台大姐也一脸戏谑的看着沉默。雄斯可不是你想见就能见的，有预约没？打电话给雄斯，告诉他我叫沉默。沉默淡,淡淡道：“给他三分钟时间，如果不过来，我就走人。”前台大姐不以为然的笑道：“别捣乱了，成吗？我这儿忙着呢。”几个保安围了过来，对沉默虎视眈眈。沉默语气平静道：“还有两分钟。”钱锋冷嘲热讽道：“命令雄斯来接你，你以为你谁啊？行了，沉默。” 别在这装腔作势了，让人看笑话。江影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道：“我知道你想在我们面前装大佬，让我们膜拜你。但是雄四哪是你这种人能认识的？赶紧走人，行吗？算你姑姑，我求你了。要是给雄四留下不好的印象，很可能会牵连到前锋的前途。他未来是要接班雄四的。要是因为你毁掉了前途，我们会恨你一辈子的。”江影十分确定，沉默就是跟着他们过来占便宜的。被发现后，就拿见雄四来掩饰尴尬。沉默不理两人，低着头倒计时，还有五十八秒，五十七。 五十六，56, 感受到沉默的强大气场，前台大姐也算是见多识广，觉得有这样气场的人，应该不会是来捣乱的。于是犹豫着拿起座机打了电话。够了，沉默，好话说尽了，你就是不听是吧？这么多人看着呢，你不嫌丢人，我还嫌呢。江颖生气道：“我现在以长辈的身份命令你，马上离开。”哒哒哒，话刚落下，就听到大厅外的走廊上响起了一阵皮鞋敲打地面的声音，急促而来。接着就见几名男女出现。 打头的正是熊志文，一身笔挺的黑色正装，正式且干练。只是此刻表情焦急，情绪紧张。江颖和前锋两人满脸堆笑，得意满满的走上前迎接熊斯。前锋还得意的冲沉默瞥了一眼，那神情仿佛在说：“看到没，连熊思都连亲自接我了。”然而熊志文无视了两人，只是焦急的环视大厅，随后锁定沉默的身影，冲了上去。“哎呦，陈先生，抱歉抱歉，我来晚了。”轰！这一幕宛如天雷滚滚。 直接把江影和钱枫两人炸得头脑颤抖，仿佛看到了天方夜谭一般。陈默真的认识熊思，这怎么可能？陈默看着熊志文，淡笑道：“熊思，好久不见啊！这次特意来感谢你一下。”熊志文哈哈一笑：“陈先生，太客气了，都是小事儿。”随后他扭头看到了钱枫，笑道：“陈先生，这就是你那个表弟吧？让我帮忙安排工作那个。江颖”江影他快崩溃了，完全没想到钱枫的工作还真是走了陈默的后门。钱枫却不死心的道：“熊思。 你们招我进来，难道不是看中我的才华和外貌吗？他是发自内心的不希望是沉默帮的忙。周围的人无语的看着前锋的大胖脸和啤酒肚，这人是不是对自己的颜值有什么误解？沉默嘲弄的笑道：“熊斯，听到了吗？我这表弟说想靠自己的才能，那你就给他的机会呗。”说完，沉默扭头走出了大厅。熊志文一愣，随后对身边年轻漂亮的秘书道：“刘秘书，按正常招聘流程给前锋安排吧。”说完，熊志文也走了。刘秘书本来就受够了这对奇葩母子了。 报道迟到，电话里高高在上，就差把自己当雄狮了。那个前锋，甚至话里话外居然还挑逗自己，不看看他肥成什么猪样了？刘秘书冷笑一声，走上前，默然道：“前锋，我们单位招聘要求最低本科毕业，你才中专毕业，低于我们的招聘最低学历，所以面试什么的就不需要了，你回去吧。”江颖和前锋瞬间面如死灰。雄司公氏集团马上就要上市了，到时候您一定要来捧场哈、啊。 那是肯定的，也预祝陈先生的公司股票大涨，市值突破一百亿。与熊志文吃过饭后，陈默就来到了公氏集团。陈默已经搞定，上市日期定在下周三。公明满面春风的报告道：“好，公叔，你去准备一下庆功宴。下周三，我要邀请江海省所有的名门望族来见证公氏集团上市。”陈默豪情万丈道：“上一世，陈默只能在电视上去看别人家的公司上市啊，敲钟啊，倒香槟啊，放烟花之类的过眼瘾。那个时候，他就梦想着有一天。” 要是能有他自己的公司上市就好了。没想到这个梦想这么快就实现了，而且沉默的公司可是有实体经济支撑的优质公司。最近的帝王项目进展非常顺利，利好不断。若是这个时候上市，股价肯定一路飙升。一想到这，沉默就激动不已，心情大好的沉默来到了挣钱的金钱虎饭店吃饭。挣钱亲自接待了沉默，陈先生，您现在可真是大忙人啊！我想见你一面，可太难了。挣钱幽怨的说道，那表情活像个怨妇。老郑。 你别搞得像个怨妇似的，行吗？我来不来也不耽误你赚大钱啊！你看看你现在的饭店搞的多气派啊！沉默道，哈哈，那都是托了陈先生您的福。挣钱美滋知道，现在的金钱虎在沉默的建议下，已经被挣钱改造成了超级奢华的高端饭店。因为两千年的时候，大老板都很喜欢豪华、气派与女服务员多的酒店的特点，所以沉默建议也就以这个方向来经营金钱虎，尤其是对员工的甄选特别在意。当时他特意叮嘱挣钱。 请经纪公司来挑选公关小姐，并由酒店的干部做更进一步的严格筛选。因此，金钱虎的公关小姐身价都比同行高许多，也能让客人眼前一亮。并且，陈默还建议挣钱搞高端自助餐。这一年，大夏国的人均刚刚突破一万元，在那个吃一顿肯打鸡都很奢侈的年代，许多消费者去金钱虎就餐时就被人均二百多元的价格和成堆的海鲜震慑住了。然而，这个策略却是非常成功的，因为陈默抓住了消费文化进入暴富的第一阶段。 迎合当时消费需求，食材高端新颖并且稀缺，价格高昂，反而符合只买贵的不买对的消费心理。全家欢式用餐环境，不限量供应，这强进去，扶着墙出来，满足消费者的口腹之欲。但是陈默也清楚的记得，这种消费模式最多扛到二零一三年，那个时候这种高端海鲜自助再大下就见怪不怪了，对于大众也没了吸引力。不过距离那个时候还有十三年的时间，够挣钱赚一大笔钱了。就光最近几个月。 全国金钱虎连锁店的净利润总和就高达三千万，而且门店还在飞速扩展中。挣钱自己都忙成狗了，就算陈默真想见他，他都不一定有空。今天也是凑巧了，才有空来接待陈默。下周三，我的公司要上市了，记得来捧场啊！陈默笑道：“放心，肯定给您准备一份大礼。”酒足饭饱之后，陈默出了门，突然听到一声“陈默”第章。第一百九十四章偶遇老同学。陈默扭头一看，却是发现了一个熟人——张富贵。此人跟他的名字一样。 一脸的富态，身材胖胖的，身高一百八十，穿着一身名牌，手上、脖子上戴着大金链子，手指上也戴着金戒指，浑身上下透露出一股暴发户的气息。此人是沉默大学学生会时期的成员，关系非常好，而且家里的确有钱，老爹是煤老板，平时对人也非常豪爽大方，就是品味不咋地，整天穿的就像个暴发户。张富贵，怎么是你啊？沉默走上前打趣道：“你丫还真是十年如一日，坚持金光闪闪的打扮呢。”啧啧啧，让我来看看。 你这脖子上的狗链子又沉了几斤？果然是我的好儿子，跟当年一样，见面就想摸爹的大宝贝。张富贵对了回去，两人对视一眼，然后都哈哈大笑了起来。当年学生会里，他们几个玩的要好的人，互相都想当对方的爹。最近咋样啊？沉默问道。嗨，别提了，老爹破产了，家道中落，现在穷的就剩下这一套金首饰了。张富贵苦笑着摇摇头，显得颇为落寞。有我能帮忙的吗？沉默问道。你，张富贵拍了拍沉默的肩膀。 笑道：“儿子，你就别操心爹的事儿了。你个月薪一千的小打工仔，自己未婚妻都吹了。告诉爸，我呀，这叫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再穷，还是能拿个几十万出来的。”陈默闻言惊讶道：“还有几十万啊？那行啊！以你的天赋做别的生意，东山再起应该也不难吧？”以陈默对张富贵的了解，他是个非常会做生意的人。就算老爹破产了，还有那么多本钱，他应该很快就能再次雄起，东山再起。张富贵苦笑道：“换成以前，别说还有几十万了。” 哪怕是负债，我都有信心东山再起。哪怕达不到张家巅峰时期，起码当个千万富翁没问题。可惜呀，现实很残酷。那些当初跟我爸称兄道弟的人，在他跌下神坛之后，居然反过来踩我们踩得更狠，希望把张家踩在脚底俯视。张家破产后，我做了七八个生意，都莫名其妙的被人使绊子黄了，损失了五百多万。对我下手的人，不是我那群势利眼的亲戚，而是曾经跟我称兄道弟的朋友，还有那个被我宠上天的前女友。呵呵，我现在都怕了，再做下去。 连手里这几十万恐怕也得赔光，还是没东山再起啊！我现在就给人当司机，他们放心，我也自在，一个月还能赚个两三千，在普通人里也算是有钱人了、啊。张富贵说得很洒脱的样子，但是陈默能看得出他眸子深处的悲凉。他这种人哪里甘心给人当司机？我最近事情比较多，需要信任的人帮把手，要不你过来跟我干？陈默拍着张富贵的肩膀道：“你先来我公司熟悉一下业务，从底层做起，等时机成熟了，我可以让你东山再起，甚至让你超越张家巅峰时期。” 张家巅峰时期也不过就是资产两三千万而已。陈默现在真的随便指点一下张富贵，就能让他超越那是几十倍。张富贵一愣，然后哈哈大笑道：“好啊，爹跟你干！只要今天你把你爹给喝趴下，爹就跟你干！”走着。说完，张富贵拉着陈默就要往金钱湖里进。显然，他把陈默的话当成了玩笑话。然而，就在这时，张富贵突然脸色一僵。陈默顺着他的目光望去，就看到七八个女人迎面而来，娇笑阵阵，很是惹人注目，腿长的。 腰细的，体态丰腴的，成熟的，妩媚的，可谓是美女扎堆。而且这些女子打扮的都特别清凉性感。莫说是两千年了，哪怕是二零二二年，这些女子的打扮怕是都算非常前卫大胆的。其中战中欣慰的女子更是亮眼，一张脸狐媚到了极致，丹凤眼，大腿修长，再加上穿着露脐装、高开叉短裙，哪怕在这群妖娆的美女里，也依然显得鹤立鸡群。沉默扭,扭头看向张富贵，怎么，你认识？嗯，认识。 张富贵也没遮遮掩掩，那个就是我前女友，叫肖雪。我爱了她五年，也宠了她五年，车子、房子、票子，要什么给什么，甚至我们都订婚了。可惜，最终她还是背叛了我。张家破产的实话，她不仅偷偷以我的名义把我名下的房产都抵押了出去，还把我的存款全部转移到了她的名下。我的好几单生意全被她配合外人给搅黄了，甚至有一单生意害得我差点进局子吃饭。说着说着，张富贵突然眼睛都红了，居然眼泪吧嗒吧嗒的掉了下来，真是晦气。 今天居然让你个狗儿子看到老子哭了！张富贵一边擦眼泪一边道：“陈默其实挺心疼张富贵的，平时他大大咧咧的，哪怕家里破产都没能让他皱一下眉。现在哭成这样，肯定是伤透了心了。没想过报复吗？”陈默问道：“怎么报复？他怎么说也是金钱虎餐饮集团公关的领班，年薪二十万加分红，而且他找的新男友是食材供应商吴勇，也是一个富家子弟。吴家可是省城四大家族之一，吴勇可是吴家二长老的儿子。哪怕是我张家巅峰时期。” 再乘以十的实力，都招惹不起。他很直接坦诚道：“现在的我招惹不起他们，为了我的家人安全，我也不可能去招惹他们。”其实还有一句话，张富贵没说。萧雪和吴勇两人合起伙来欺负过张富贵好几次了。张富贵试图反抗过，下场却非常凄惨。张富贵的父亲甚至下跪求张富贵不要再去招惹人家了。第一百九十五章至尊黄金卡。金钱虎很牛吗？沉默好笑道：“不就是个刚刚起步的餐饮集团吗？对于省城这种地方。” 微不足道啊！你可别小看了金钱虎餐饮集团。张富贵难得的严肃道：“你别看这个餐饮集团才刚起步，但是以我多年的经商天赋观察，这个集团背后一定有商业大佬指点。他的餐饮理念太先进了，抓住了大夏国消费文化进入暴富的第一阶段时机，完美契合了现在大家的高端消费理念。还有，我听说这个集团的存在是因为挣钱为了讨好江北金融化市人而搞起来的，只能算是副业。结果就搞成了十亿的企业，你说牛不牛？这还是刚刚起步阶段。” 我估计用不了多久，全国都会出现金钱虎的连锁店，分分钟可以上市，搞个几十亿的市值出来。沉默闻言，欣慰的点点头，自己这个兄弟在经商方面的天赋真的没得说，眼力太毒了。这时，张富贵又朝着萧雪偷偷看了一眼，这一眼可不得了了，被对面几个女人看到了，立马白了张富贵一眼。那个挂狗链子的死胖子是谁啊？你看那猥琐样，居然偷看咱们！是啊，真是变态。刚刚他还瞄我的胸呢，真是的，我就是穿的再少。 哪怕不穿，他也不配看我的身体啊！就是这种人，肯定是流氓。咱们都是黄花大闺女，千万注意着点，不要被这种人占便宜。真晦气，肯定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几个女人嫌弃的讨论了起来。而这个时候，萧雪也扭头看向了张富贵，张富贵赶忙把头低了下去，可惜已经晚了。哎呦，这不是张富贵，张大少爷吗？萧雪一眼就认出来张富贵，妩媚的脸上瞬间多了一丝讽刺。来来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啊，是张家的张大少。 我的前男友，不过可惜，张家已经破产了。他之前还吹嘘自己做生意的能力多强，结果做啥生意黄啥生意，现在只能给人当司机维持生活。正是因为肖雪害了张富贵，还从张富贵这敲来了很多钱，所以心虚的他每次见到张富贵都不遗余力的落井下石，企图让张富贵崩溃甚至去死。什么？你的前男友？几个女人一阵惊呼。领班，这种男的你也要？之前瞎了眼呗，以为遇上了高富帅，谁知道？哎，算了，不说了。 说了都是泪。肖雪摇头叹气道：“幸好你及时悬崖勒马。”就是就是，现在跟了吴少多好啊！跟这种死胖子在一起，估计每一天都会做噩梦吧。张富贵眼皮直抽搐，拳头已经攥紧了，但最终还是忍住了没发火。走吧，进去喝酒。沉默点点头。然而张富贵愿意忍耐，肖雪却不肯放过他，带着几名手下走了过来。张富贵，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这里是金钱虎高消费场所，你个穷司机能消费得起吗？别吃完饭没钱买单，被人送进去吃牢饭。 那可就丢人喽，滚蛋吧！我们金钱虎不欢迎你这种穷，你一个月的工资连我的消费都支付不起，也好意思来这儿？这些女的都是这儿的女公关，纷纷鄙夷地看着张富贵，嘴上也不饶人。张富贵实在忍不住了：“萧雪，你不要太过分了，你对不起我，我都没说什么，你还咬着我不放，我我什么我？”萧雪冷哼道：“怎么着，穷还不让人说了，一点气量都没得，你算什么男人？”陈默皱了皱眉，准备待会叫郑钱来开了这些人。他拍了拍张富贵的肩膀道。 行了，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你就别跟他们一般见识了。咱们进去喝酒吧。喝酒？你开什么玩笑？你们确定不是来这儿应聘服务员呢？萧雪一脸鄙夷的看着两人，告诉你们，这可是省城最高端的饭店，会员制的，你们进得去吗？几个女公关也都满脸嫌弃，没钱还要在女人面前装，真恶心。萧雪扭头对门口的迎宾小姐道：“你们几个机灵点，没会员卡一律不准放进去，懂吗？”是，领班。几个刚刚过来换班的迎宾小姐仿佛得到了圣旨一样。 一瞬不顺的盯着沉默两人，生怕两人偷偷溜进去。萧雪，你别欺人太甚！张富贵怒吼道：“不就是会员卡吗？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老子就算破产了，办个会员卡还不是轻轻松松？”说完，张富贵冲着迎宾小姐道：“三十万够吗？”迎宾小姐不屑的道：“抱歉，我们这最低的青铜会员卡也要五十万充值。”张富贵闻言，顿时气势一泄。难不成要拉着沉默去旁边金钱虎的自助餐厅吃饭？那也太了吧！萧雪等人闻言，则娇笑连连。 哟，最低档的卡都开不起啊，这也好意思来金钱虎吃饭？张富贵，我没说错吧？你们连门都进不来，都破产了，还装什么富二代啊？整天一根狗链子挂着，恶不恶心？张富贵满脸通红，心里愤怒憋屈极了，但也无可奈何极了。他是虎落平阳被犬欺，落魄的凤凰不如鸡呀、啊。走吧，张富贵长叹一声道：“咱们换地方喝酒吧。”扭头，张富贵就要走，陈默则抓住了张富贵的肩膀，淡淡道：“儿子，不用走，这顿饭。” 爹，请你！所有人都笑了，萧雪更是拿出了刷卡机，冷笑道：“来来来，今天我萧大领班亲自给你验卡，让大家看看你有多大本事。会员卡给我拿得出来吗？”陈默冷笑一声，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张通体泛着金光，卡身上雕着金钱豹花纹的老虎团的会员卡，递了过去。看到这张卡，几名迎宾小姐顿时打了一个机灵。这可是金钱虎最高级的会员卡——至尊黄金卡，连卡本身都是纯金打造的。全国现在仅仅发行了三张，见此卡。 等同于见到金钱虎老板挣钱清零，第一百九十六章，跟着莫哥混三天饿九顿。一瞬间，肖雪等人目瞪口呆，他们怎么也没想到，陈默和张富贵真能进去，而且陈默拿出来的还是至尊黄金卡。要知道，这卡全国只有三张，就连张富贵也不可思议的瞪大了眼睛看着陈默，自己这个月薪一千的哥们怎么会有这种卡的？迎宾小姐此时尴尬的看向了肖雪，手足无措，不知道要不要放陈默进去。肖雪不死心的冷哼道。 这卡是你捡来的吧？打眼一看就知道，陈默手中的卡是真卡，因为这样品质的卡不可能造假，也没人无聊到会去造假饭店的卡。呵呵，陈默当即拿起电话拨打了出去，朗声道：“挣钱，你培养的公关可真牛皮，老子拿会员卡出来，他都不让我进去吃饭。”挣钱，金钱虎餐饮集团的老板，江北顶级大亨。挣钱，陈默在给他打电话，而且语气还跟训儿子一样。一瞬间，这些女公关全怂了，他们瑟瑟发抖地问肖雪：“领班，怎么办？” 他不会真的认识郑老板吧？萧雪心里也很虚，但是一想到张富贵的状况，不由得咬牙道：“装罢了，张富贵这种货色，我清楚的很，他身边哪还有什么大佬朋友啊？”然而话刚落下，就看到郑钱火急火燎的从饭店里跑了出来：“你们干什么吃的？连陈先生都敢拦？他手里拿着至尊黄金卡，你们眼瞎看不见吗？”一阵疯狂的辱骂之后，郑钱大手一挥，所有人都给老子马上卷铺盖滚蛋！你们被炒了！轰，所有的公关小姐全傻眼了，就连萧雪都瞪大了眼睛。 不敢相信这是真的。陈默拍了拍张富贵的肩膀，道：“狗儿子，走吧，爹请你喝酒。”张富贵整个人都是懵逼的，最后还是被陈默给拽进去的。肖雪的那群手下全都哭哭啼啼了起来。早知道不听你的了，这下好了，我们工作都丢了。我在这一个月能赚一万块呢，现在上哪去找这么好的工作啊？肖雪，都怪你！肖雪脸上也挂不住，拿起电话哭诉道：“勇哥，你快来啊，我被人欺负了！”挂断电话，肖雪冷声喝道：“慌什么？” 我男朋友是吴勇，省城四大家族的吴家听说过没？挣钱在我男朋友面前就是个屁。等会我男朋友来了，挣钱不光要恢复咱们的工作，还要跪下给咱们赔礼道歉。另一边，在挣钱的亲自安排下，陈默和张富贵在金钱虎最顶级的包厢坐下。本来已经吃饱了的陈默，就点了几个菜量少但是很奢侈的菜，又点了不少酒，开始跟张富贵喝了起来。陈默，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你怎么认识挣钱的？张富贵疑惑道。之前意外救了挣钱一命，然后就认识了。陈默实话实说道。 原来是这样，张富贵恍然大悟道：“我还以为你真是什么大老板呢，我当然也是大老板了。怎么样，以后跟莫哥混呗，保证你吃香喝辣。”沉默笑道：“嗯嗯，跟着莫哥混，三天饿九顿，偶尔还要挨钢棍，对吧？”张富贵调侃道。沉默无奈，这小子还是不信，不过无所谓，等回头带他去自己公司看看，他就信了。顿了顿，张富贵酒也没咋喝，还是犹豫着开口道：“沉默，我觉得咱们还是先离开这儿吧，以我对肖雪的了解。” 他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她男朋友可是吴勇，挣钱来了都不好使。虽然让趾高气扬的萧雪吃瘪，张富贵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痛快，但是一想到吴勇，张富贵又怕的要死。吴勇，呵呵，沉默摇头轻笑，便是吴琛来了，在我面前也不够看的。萧雪和吴勇最好不要想着报复，否则我会让他们知道城南城北一条街，打听打听谁是爹。来来来，喝酒。砰！就在这时，大门被人踹开，一群人气势汹汹的闯入了包厢。 为首的大背头男子手里拿着一根棒球棍走了进来。勇哥，是他们俩欺负我。肖学伟屈巴巴的指着陈默和张富贵道。一伙人瞬间把陈默两人给围了起来。张富贵瞬间神情紧绷，他低声道：“陈默，你走吧，这事儿我自己扛。我要是帮你收拾了这货，你能叫我爹吗？”陈默打趣道。张富贵一脸无语道：“这都什么时候了，你个狗儿子还想做我爹？你要是能收拾了这货，我认你当祖宗都行。我也实话告诉你吧，吴勇后面带着的都是省城地下的人。” 咱们惹不起的，沉默笑而不语，偷偷发了条短信出去。这时，吴勇咔咔作响地动着脖梗，手里晃悠着棒球棍走上前来。小子，你敢惹我的女人，胆子不小吗？哪儿混的？报上名来！别误会，我不是怕招惹什么大人物，这偌大的省城还没有我吴家惹不起的人。我是打算连你背后那位连锅端了。霸气嚣张，萧雪等人立刻尖叫连连。勇哥好帅，勇哥，我要给你生猴子，弄他！远处的郑钱看傻一样看着吴勇，吴家家主吴琛。 都要尊沉默一声先生，这个富二代居然敢找沉默的茬儿，简直是厕所里打灯笼找屎！萧雪冷笑一声：“我告诉你，这是吴家的吴勇勇哥，你得罪不起的人。”沉默淡定的坐在原地一动不动，完全没把这群小崽子当回事。只是张富贵怕了，急忙陪着笑脸道：“勇哥，误会，都是误会，误会你大爷！”吴勇伸手拍着张富贵的胖脸盘子，傲然道：“天黑路滑，月黑风高，没有能耐你别叫嚣。花花世界迷人眼，没有实力别赛脸，你个死胖子！” 没有资格跟我这说误会，懂吗？接着他又扭头看向了陈默，冷笑道：“做人呢是该傲，但是给你脸呢，你得要。今天我给你这个脸，让你自己说这事儿怎么了？”第一百九十七章天热脾气躁，我不微笑，你别闹。老张，坐下。陈默伸手把张富贵拉了回来，随后淡定地望着吴勇道：“玩社会人那套是吧？那就按规矩办呗，咱碰一碰，谁点子硬，谁说话。”哈哈哈！顿时包厢内一片哄堂大笑。吴勇翘,翘起嘴角。 指了指自己周围的小弟，哟呵，想跟我玩硬碰硬，有点意思哈！你这装模作样的样子，挺搞笑的。吴勇嚣张地抽出一把椅子，把两条腿往桌子上一放，拿出烟来，一边抽着，一边指着周围的人：“知道这些都是什么人吗？黑大帅、帅哥、王博博哥、张海海哥，这些人有一个算一个，全是省城地下赫赫有名的大哥大。”说完，吴勇掏出自己的手机，往桌子上一丢，阴阳怪气道：“你随便摇人，我看着偌大的省城，谁敢动我？”肖雪他们嗤笑不已。 全都认为陈默在装腔作势。陈默拿起手机，望向吴勇：“你都求我了，我不动你，是不是太不礼貌了？”说完，陈默拨出一个号码，接通后问道：“强子到哪了？行，我等你。”这群小崽子想跟你莫哥碰一碰，你来了，给我好好教育教育他们。吩咐完后，陈默收起手机，淡淡一笑，道：“三分钟之后，你们所有人都得跪下。”萧雪对称面嗤之以鼻：“装装，接着装。”吴勇也讥讽道：“小子，先穿袜子，再穿鞋。” 先当孙子，再当爷。天热脾气燥，我不微笑，你别闹。别告诉我年少轻狂，我只知道胜者为王。今天我话给你撂这儿了，你要是能让我跪下，从此以后我见了你都爬着走。肖雪立刻附和道：“不要跟你勇哥硬碰硬，他受的是伤，你丢的是命。”身边几个漂亮女公关也都笑而不语，眸子里全是轻蔑和不屑，显然都认为沉默在装腔作势。三分钟一事儿过，吴勇哈哈大笑道。 不是要跟我碰一碰吗？你摇的人呢、啊？该不会听到哥的名字就吓得半道尿裤子不敢来了吧？哈哈哈！现场再次一片哄笑声。吱呀！就在此时，包厢门被人推开了，一群身着黑衣、戴着墨镜的壮汉气势汹汹地走了进来。为首的男子右手拿着西瓜刀，左手提着一个大西瓜。看到这个男子时，整个包厢里的笑声戛然而止。黑大帅、王博、张海等人全都僵直了身子，因为此人赫然是省城地下的王者级大佬刘华强。刘华强怎么来了？妈呀！ 他弟弟刘华健，还有省城四大金刚、八大天王全来了，随便来一个，咱们都吃不消。这家伙全来了，这个叫沉默的年轻人到底是何方神圣？怎么有这么大的能量？吴勇带来的所有人都低声震惊的议论了起来。怎么才来啊？沉默不满意的瞥了一眼刘华强，哥，路上经过西瓜摊，给你买了个大西瓜，沙瓤的，饱熟，贼甜。刘华强眯着小眼睛笑道：“每次给你打电话，你不是去买西瓜，就是在去买西瓜的路上。能不能先办正事儿？”沉默不满意的训斥道。 刘华强赶紧点头哈腰道：“哎，莫哥教训的是，下次肯定先办完事儿再去买西瓜。”所有人都倒吸了一口凉气：“妈呀，这可是刘华强啊，省城地下的王者级大佬，居然被陈默训得跟孙子一样！”这吴勇此时也忍不住吞了一口口水，心中后悔不已。谁知道陈默居然认识这种刘华强啊？这时，刘华强收敛起笑容，扭头看向了吴勇等人：“就是你们要跟我哥碰一碰的呀！”噗嗤，一刀直接把西瓜劈得稀巴烂。 鲜红的西瓜汁如同血液一般溅射在了众人身上，让人不寒而栗。狗胆子不小嘛？是不是觉得自己的脑袋比这西瓜硬多了？要不要你强哥给你们切开试试？跪下！一声暴喝如雷霆炸响，黑大帅、王博、张海等人全身一个激灵，全跪了。吴勇见状，额头冷汗直流，脸色惨白。沉默点燃一支烟，一边抽着，一般走到吴勇面前，伸手啪啪响的拍着他的脸，笑道：“我动你了，服不服？”肖雪他们见状，目瞪口呆。 没想到陈默敢这样侮辱吴勇，更没想到吴勇居然没有反抗。萧雪急眼了：“勇哥，这王八蛋敢这么对你，弄死他！”啪！吴勇一巴掌扇翻了萧雪：“弄你大爷！你算什么东西，敢这样跟莫哥说话？”萧雪顿时瘫坐在地上，嘴角流血，一脸惊慌失措地看着陈默：“莫哥，今晚是我不对，有眼不识泰山。”吴勇挤眉弄眼的笑着，把桌上的那瓶洋酒拿起来，仰头就开始喝：“我干了，当给莫哥道歉了。”顿顿顿，别。 陈默赶紧拦着吴勇，不用拦我，我罪有应得。吴勇直接把陈默的手帕拉开，仰头继续喝，最后直接把一整瓶酒喝的精光，这才打了个饱嗝，一脸难受的样子，把酒瓶朝着下面倒了倒，一滴不剩。莫哥，给面子。然而，陈默一脸黑线的骂道：“你有病吗？我让你喝了吗？这是老子花了两万多买的皇室礼炮，存这儿专门招待我哥们用的。这下好了，我俩一滴没喝，全让你喝干净了。”吴勇，他尴尬的挠挠头道：“我……我赔，我赔。” 萧雪和几个女公关闻言彻底僵了表情。吴勇现在在沉默面前真的跟孙子一样。砰！沉默没给吴勇面子，直接把酒瓶摔碎在了地上。酒的事儿等会再说。你们多次欺负我哥们，一瓶酒就想了事儿了？当我沉默是什么好人吗？之前我说了，所有人都得跪下，包括你。沉默冷哼道：“跪下，给我兄弟磕头认错。今天这事儿就算了第一百九十八章江海盛宴。吴勇眼皮狂跳，内心的火气几乎要烧穿天际了。从小到大。 哪里有人敢这么威胁他这个吴家大少？他微眯着眼睛，双拳紧握，咬紧牙关，微微颤抖道：“莫哥，我是吴家的人，给点面子。”啪！沉默一巴掌扇在了吴勇的脸上，冷喝道：“你爹来了也不敢跟我要这个面子，跪下！”争刘华强弹了一下手中的西瓜刀，明晃晃的刀影刺得吴勇眼睛生疼。他没有想到自己自报家门，沉默还敢不给面子。最终，吴勇前行两步，扑通一声给张富贵跪下：“对不起。” 刘华强拿着刀横在吴勇面前，冷笑道：“有一句话叫做‘过于高调死的太早，低调一点，哈，养生，滚’。”金钱虎饭店风波最终以肖雪和吴勇下跪道歉告终。陈默也没过多的打压他们，他要的只是压压他们的气焰。至于让女人后悔的事儿，是张富贵将来该干的事儿。而吴勇狼狈的逃窜出来之后，恶狠狠地对着金钱虎饭店门口骂道：“天会黑，人会变，三分情，七分骗，路还长，别太狂。辉煌一刻人人有，别拿一刻当永久。” 我一定会把厂子找回来的。”肖雪抱怨道。“勇哥，你去吴家叫人啊！你就这么被人家欺负也不还手吗？”吴勇道，“你懂个屁！吴家的人会为了我这点屁事出手？让我爸知道了，说不定还会骂我一顿。”肖雪幽怨道，“那这顿打就白挨了吗？”吴勇傲然一笑道，“当然不是了。你听着，下周三在省城的天神七星饭店，公氏集团将会举行一场盛大的上市宴会——江海盛宴。到时候，江海省省城各路大佬都会来参加此会，而我也弄到了入场资格。到时候。” 只要我随便结交几个省城的大佬，想收拾陈默和刘华强还不是易如反掌？而且万一我要是能跟省城的新贵公氏集团的神秘老总认识了，是下一任的吴家家主，非我莫属。肖雪闻言惊呼道：“公氏集团的老总什么身份啊？面子这么大吗？”我只知道他姓陈，具体什么身份我也不太清楚了。但是面子是绝对的大。据我爸说，那位大佬跟熊志文、高明远的关系十分要好，甚至连我吴家家主吴琛之所以能上位，都是受了那位的恩惠。你说说看，如果我能认识他？ 会是怎样一番情况？吴勇得意洋洋道：“那肯定是能在这省城要风的风，要雨得雨。以后走路都得横着走啊！”萧雪的眼中也充满了憧憬的神色。到了那个时候，就是十个沉默加起来也得跪下。所以嘛，不要着急，只要江海盛宴上我能大放异彩，区区沉默又算什么？嗯嗯，勇哥，我都听你的。另外一边，沉默吃完饭后也没解释什么，只是将一张江海盛宴的请帖送给张富贵。下周三，天神七星酒店来参加这个宴会，到时候。 爹给你介绍点人脉，谢了，莫哥。嘿，你个狗儿子，什么时候这么矫情了？张富贵内心的感激哪里是一个谢字能表达的？张富贵内心已经暗暗发誓，哪怕是拼了这条命，也要把沉默的恩情给还上。沉默开车把张富贵送到了单位，扭头加快了脚步，想快点上自己的车，因为这附近是一个商业中心，他有不少大学同学在这上班。之前刚毕业，沉默在这上过一段时间班，就遇到过好几次那些人吧，各顶各的势利眼。沉默不太想跟他们再有什么交集，可惜。 怕什么来什么。旁边突然一个男人开着一辆入门级的大奔路过，看到了脚步匆匆的沉默。沉默，男人一开始还不敢认，试探的叫了一声“裴谦”。沉默转头认了出来，这是他的大学学生会会长裴谦。嘿，<Hey, S 1> 真是你啊！上大学的时候，裴谦就嫉妒沉默的帅气，羡慕他在学生会的人员。那个时候，名义上裴谦是会长，实际上大家都听沉默这个副会长的话。眼看沉默脚步匆匆，满头大汗，颇为狼狈，连一辆自行车也没有。 再加上之前听同学说过，陈默被未婚妻给甩了，裴谦心里别提多痛快了。他下了车，跑到陈默身边，假装关心道：“一直听说你也在这片上班，好多同学都跟你遇见过，今天总算也让我遇到一回。最近过得怎么样？”这是明知故问，他当然知道陈默过得不好了，过得还行。你呢？陈默笑了笑，裴谦却故意装穷，感慨道：“哎，我不太行，毕业之后就随随便便找了个工作干着，工资一般般，过着普通人的生活。想想我在大学也是个学生会会长。” 多意气风发，现在你看我混的，哎，惨啊！说完话，他狠狠地捶了一下自己的大奔。沉默顿时内心好笑，明面说自己过得不好，实则这是在炫耀。这年头有几个开得起大奔的？就这还叫普通人？年的普通人也开不起大奔啊！裴谦内心优越感十足，脸上却亲切的很。对了，通知你个事儿，下周三咱们大学学生会的兄弟们要在天神七星聚一聚，你这个副会长兼学生会的会草可一定不能缺席啊，不然你不去，咱会里的美女们肯定不去。 我们这些人还聚个屁啊！天神七星，好吧，我把张富贵也叫上吧。沉默道，没问题。那死胖子家里破产之后，就再也不跟我们联系了。这次叫上一起吃个饭也好，连你的死党一起收拾收拾。裴谦内心冷笑道。实际上，这次去天神七星酒店的聚会，是裴谦刻意安排的一场个人大型装秀。因为这次他们公司的董事长接到了公氏集团的天海盛宴邀请函，而他作为董事长助理，自然有资格一起入场。到时候聚会，他只要露个脸。 再有意无意地透露一下这件事，啧啧啧，这件事不光会在他的同学圈里传遍，甚至是整个大学都将以他为荣。行，就先这样吧，我先走了。”沉默道，“我送送你吧。”裴谦假惺惺道，“不用，我有车。”沉默指了指自己身后那辆超跑，他不想炫富，但也不想故意装穷。噗，裴谦忍不住笑了，因为恰好此时超跑的前面停着一辆破自行车。裴谦还以为沉默说的是那辆自行车呢。好吧，你就开着你的，噗哈哈，你的车。 走吧，裴谦告辞，开着大奔离开了。临走前还狠狠地捶了一下自己的大奔。沉默，轻轻一笑，有意思哈。第一百九十九章，何超林准备狙击攻势。蒲城何氏集团董事长办公室，何超林端坐在老板椅上，一双美腿交叠在一起，随着双腿的交叠转换，顿时春风无限。韩俊恭恭敬敬地站在他面前，微微低着头，根本不敢往何超林的腿上看，也不敢有一丁点的不敬。他可是亲眼见识过这个女人的残忍手段，在他的眼里，何超林与毒蛇。 没有任何区别，韩俊，我让你办的事情如何了？何超麟问道。公事集团下周三上市，我已经安排好了操盘手和资金，准备狙击公事。等到公事上市当天，我有信心让他的股价跌百分之二十以上。三天之内，我能让公事的股价跌一半。之后，我会开始低价吸筹，等我扫掉公事三十以上的股份，就能对其发起强制收购。到时候，陈默倾尽全力打造的公事集团就会落入何小姐您的手中。韩俊讨好的笑道。不过他这番话可不是在吹牛。 他可是公认的大夏操盘手排行榜公认的榜首。大夏股市人才辈出，各领风骚三五载。而韩俊则是常青树，他很少出现过困境，不像处于排行榜第二位和第三位的卫东、肖华那样险些被大熊市灭掉。然而，业内公认韩俊为群雄之首的重要原因有三个。第一个原因是韩俊是高干家庭出身，做人做事霸道，有贵族风范。比如说，有多家敢于单日暴涨的股票尤其创造，甚至敢倾其全部资金把江北银行、大夏银行买上涨停。 这种气度可不是一般机构能够具备的。第二个原因是韩俊敢于逆势发动行情。第三个原因是韩俊的门下还出现了两个大鳄，分别位于操盘手排行榜的第六和第八。师徒三人联手起来，形成了恐怖的铁三角之力。再加上何家雄厚的资金，几乎是狙谁谁死。何超林满意的点点头，眼中满是期待的站了起来，来到大落地窗边，俯瞰着大厦下面如同蝼蚁般的芸芸众生，喃喃道：“陈默，你以为我何超林的便宜是那么好占的？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等着吧，下周三我就会让你知道谁是主人，谁是狗。何超林眸子里掠过一丝狠厉，在江海盛宴上，在一众宾客觥筹交错、谈官相庆的气氛中，狙击攻势让陈默体会到从天堂跌落到地狱的滋味，这感觉一定很棒。想到这，何超林身体里就流淌过了一阵阵的欢愉。距离下周三还有好几天，上午九点，陈默在公司里溜达一圈，没啥事儿干，九点半就去了菜市场，买了点腰子、边类食材，准备给自己好好补补身子。 同时也准备试试能不能这几天跟公子院把感情再往前迈进一些。长时间坐办公室腰疼，加上距离菜市场很近，沉默干脆步行前往。走着走着，忽然听到背后有人叫道：“沉默<墨>！”沉默扭头看到一个身着花衬衫、沙滩裤、人字拖，骑着一辆哈雷，染着一头黄毛，看上去痞里痞气的男子。大江，嘿 <Hey>，怎么是你小子？你怎么来省城了、啊？沉默上前去拍了拍姜文粗壮的膀子。这是沉默的前同事，为人挺豪爽，对沉默也很不错。 就是文化有点低，并且有点喜欢走歪门邪道。你小子一声不吭的就辞职来省城发财了，我就不能辞职出来创业吗？哎，唐嬷嬷跟你要彩礼，你拿不出来就跟他掰了，是真的吗？嗨，提他干嘛？晦气！沉默摆手道，懂。大丈夫何患无妻？看见哥这屁股下边了没？姜文拍了拍屁股下面的哈雷摩托，一脸骄傲道：“可以呀、啊，你发财了呀！这车起码两三千吧？什么两三千？九千九百九十九！老子把个万元户骑在了屁股底下。不是有句话？” 叫啥屎憋了三天就得挖眼珠子了吗？啊！陈默一时间没反应过来，愣了一下，试探着问道：“你说的是不是叫‘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对，屎憋了三天就得挖眼珠子。”陈默，咦，咋买这么多腰子和鞭啊？年纪轻轻的就肾虚了呀？你这可不行啊！陈默尴尬的把塑料袋捂了捂。行了，跟你说正经事儿，看你现在混的也不咋样，连彩礼钱都出不起，哥看着心疼，想发财不？哥哥我带你。姜文傲然道。 沉默笑着婉拒道：“不用了，我现在生意做得还行，还行啥呀？还行？你看看你，都肾虚了。我告诉你，你这就是穷的。这人一穷就肾虚，一有钱就雄起。啥也别说了，跟哥混，哥保证让你夜夜都雄起。”姜文眉飞色舞道：“哥现在手里就有个机会，可以接触真正的省城顶级有钱人。”有钱人，沉默撇了撇嘴道：“我对有钱人不感兴趣，不要自卑。”姜文呵斥道：“人穷不能志短，大江，我真的得回去做饭了。” 我新交了个女朋友，再不回去，人该骂我了。沉默无奈，只能把公子苑搬出来当挡箭牌。你看看你，怎么还跟以前一样怕女人？你不肾虚谁肾虚？姜文冲着沉默道：“这男人啊，想在家里说得上话，先得在外面发展起来。兄弟，我跟你说，今天绝对是个高端局，全是有钱人。我对钱真的没兴趣。”沉默摇头道：“我现在只想回家烤腰子吃。”废什么话？啊？姜文不耐烦道：“快去换衣服，这一趟兄弟起码给你这个数。”姜文傲然伸出三根手指头。 三万才几个月不见，你脑子就瓦特了？三千顶你仨月工资了，快点麻溜的！陈默真是无奈，他是真不想去，但是吧，姜文还真就没啥坏心眼，人家就是觉得自己混的差了，想带带自己，让自己捞点钱赚。行，不过先说好了，要是你让我看到的人没我有钱，以后都不能再让我去了。哎呦喂，您老人家多有钱啊，穷的都肾虚了。告诉你吧，金盖这局里的人，哪怕就是给人拎包的小弟，都比你十个加起来都有钱。而且啊，姜文神神秘秘的道。 据说这次组的局里还有一位收到了江海盛宴的邀请函呢。第二百章，程素素，江海盛宴。陈默突然愣住了，怎么这么耳熟呢？紧接着他恍然大悟了，这不就是自己公司上市准备的宴会吗？没错，就是传说中省城最最最牛的有钱人才能参加的江海盛宴。你想想看，你要是能跟能参加这种局的人认识了，人家随便指点你两句，不就发大财了吗？行了，不多说了。姜文把陈默手中的食材抢了过来，把他拉上了车，走着，哥给你整一套西服去。很快。 姜文在一家小西服店里给陈默整了一套高仿奢侈西服，看着陈默身上的打扮，姜文不禁暗暗点头。还别说，这小子虽然肾虚，但是这气场是真强，看上去就跟真的有钱人似的。你呀、啊，今天就叫我姜总，你是我手下的，懂了吗？你说的是吧？对，就咱们今天主要的目的是去这种局里拉投资的。咱们搞的呢，就是啊，水电站工程。水电站，大江现在哪怕一个小的水电站，起码都要投资十几个亿。 咱吹的是不是有点过了？要的就是这个气场，懂吗？算了，你穷，跟你说你也不懂。总之，吹就要往大了吹。当然了，除了拉投资，哥还会帮您泡妹子。姜文得意洋洋道：“我帮你租的这身西服，知道啥牌的吗？”的，陈默比较喜欢这个牌子，所以家里柜子里都是。不错嘛，还知道。虽然这是假的，但是你就当你穿过真的一样。对他，只要你这一身高端西服往那一站，再跟那些有钱人觥筹交错、谈笑风生，那些妹子就会不要命的往你怀里钻。 陈默笑着点点头。这类女人，说好听点叫名媛，难听点就叫叫捞女。她们就是梦想着嫁入豪门，要么就是想从有钱人那捞一笔钱。而他们的身份一般就是模特、不知名小艺人、某不知名公司的商务等等。而姜文这种人也很多。这类人则被称为捞女粉碎机。他们的目标也很明确：白吃白喝白嫖。可是咱们去哪儿呢？陈默问道。旭天喜大酒店一楼的餐厅。陈默坐在摩托车上，抱住姜文的腰，心里一阵无奈。本来这个时候。 他应该是在家吃着烤腰子，抱着公子院的。现在好了，腰子没吃上，还搂了个大老爷们。而且姜文这一路上还不停的往后扭头，对沉默不停谆谆教诲，教育他如何巴结讨好有钱人，好几次差点出车祸。沉默想到了一句话：小丑竟在我身边。车子停在了天喜大酒店楼下，今天格外的热闹。一进门就看到十几号人在那高谈阔论，中间的位坐着三个男子，二十多岁出头的样子，神情嚣张跋扈，带着说不出的高傲。 这三人的中间还坐着一个女生，穿着一身艳红色的连衣裙，小圆脸，看上去非常的清纯可爱。不过，陈默注意到她身上的穿搭都是价值不菲的高奢，尤其胸前那块玉又大又圆。至于其他人，基本上是在讨好这几个人。很明显，这几位就是今天的主角了。姜文一进来，笑着打招呼道：“钟少，这么早啊？”钟少扭头看了一眼姜文，开口道：“姜文，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一下，周少、华少，我给你们介绍个人，我兄弟姜文，说话老幽默了。” 周少好，华少好，姜文十分恭敬道。沉默站在一旁听了一耳朵。钟少，全名钟小泽，家里是搞房地产生意的。周少，全名周阿发，家里是搞养殖场的，家里有个大草原，养了几十万牛羊。至于那个看上去单纯可爱的姑娘，叫程素素，家里是搞贷款的。这几位家里都是资产几亿的级别，已经算得上是省城一流的富二代了，是普通人要仰望的存在。姜文在那寒暄了好一阵子，程素素的目光却落在了沉默的身上，这位是。 我我是他的，沉默立马说道：“对，我的。”姜文笑道：“这么年轻就当上了呀，你刚毕业没多久吧？多大了呀？”“呃，其实我毕业三年了，今年二十七岁。”“哇，好巧啊！我也二十七。”“你叫什么啊？”程素素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看着沉默，好奇道：“我叫沉默。”周阿发和钟小泽看到程素素对沉默如此上心，心里顿时很膈应。周阿发对姜文道：“去点菜吧，先吃饱再去玩。”钟小泽干脆直接问程素素：“你今年不是才二十三吗？” 程素素嘟着嘴道：“那是我虚岁。”姜文多有眼力见啊，立马看出来了不对劲，赶紧拉着沉默到一旁，急头白脸道：“我亲哥啊，我带你来撑场子了，你勾引人家的妞干吗？”“我勾引？”沉默一脸懵逼。“就是你，你那眼睛滋啦滋啦的在那放电，把人小姑娘的魂儿都快勾出来了。要是现场没别人，我估计他敢直接往你怀里扑，这不正好吗？你不是说带我来第二个目的是泡妹子吗？泡你妹啊！那是人家几位大少追求的对象，你不要命了吗？”沉默哭笑不得。 这个程素素的确长得很清纯可爱，也算是八分美女了。不过跟她女朋友公子渊比，那还差了十万八千里呢。不管这么多，陈默反正就埋头苦吃，把这顿应付过去完事，也算是给了姜文面子了。其实也不怪程素素这么不矜持，陈默长得跟小鲜肉似的，又活了两世，现在又是江北首富，认识那么多大人物，身上带着一股王者风范，成熟、老练、稳重，又长得年轻帅气，这些结合在一起，对年轻姑娘们简直是要命。正埋头苦吃的时候。 突然感觉眼前白花花的东西一晃，扭头一看，原来是程素素的那块儿玉。程素素正盯着陈默笑呢，眼睛眯成了月牙。嗯，你看我干嘛？没事儿，就是觉得你挺好看的，我没见过这么好看的男人。话一落下，只感觉周围杀气腾腾的几道目光一下子就刺向了陈默。陈默尴尬的笑了笑道：“程小姐真会开玩笑，待会儿我们去打保龄球，我不怎么会，你会吗？”